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七十五章，雍博文无意挑战世界法师委员会的权威，但也不想自己的计划刚刚开头就被夭折，所以他拒绝参加纽约协商会，同时又给出了一个。 极不靠谱，任谁都不会相信，而且马上就会被拆穿的理由。拒绝的理由是，给世界法师委员会的。作为一名指挥会员，全世界法师协会数千万法师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他有足够的权利来拒绝世界法师委员会的邀请。在世界法师委员会的历史上，曾有指挥会员给出过更荒唐的理由。 拒绝过的理由只是为了表明拒绝的态度，内容什么的，并不要紧。雍博文的这个拒绝理由的内容不是给世界法师委员会的，而是给发起纽约商会那些势力的。世界法师委员会是由几个最强大的术组织所控制的，这是人所共知的秘密。 但世界法师委员会并不只是这几个最强大的术法组织，它包括了世界各地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术法组织，既有如巫师工会这般横跨欧陆各国的巨无霸，也有可能仅仅两三个人的小流派。世界法师委员会正式的议事流程是召开全体在册术法组织代表会议。 而像纽约协商会这种会议，通常只是掌控在世界法师委员会的强大术法组织明目张胆扭曲规则，在规则之内玩弄强权的把戏罢了。雍博文给协商会这样一个荒唐的理由，就是明确的告知那些发起这次会议、妄图再度借助规则来玩弄强权的术法组织，他不接受这个会议的合理性，也不会因此而服从这个会议的任何结果。 你们讨论你们的，决定你们的啊，随便，你们随便画，随便写，啊，随便开，我做我自己的。这就是雍伯文通过这个理由要传递给纽约协商会议的意思。在他的眼中，这个所谓的纽约协商会议，就跟他这个拒绝的理由一般荒唐可笑。 雍博文这样做，无疑是同时打发了起这场会议的几大强权组织的脸面，使他必然走向这几大强权组织的敌对面。可是，雍博文毫不放在心上。当初做出干涉东欧战事、铲除异种联盟的决定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他必然不能与这些组织和平相处。世界霸权的争夺是残酷险恶的。 没有任何温情可言，也绝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一切都是基于力量与利益的选择。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就永远不要幻想着会有什么至死不渝的盟友。每个怀着这样美好梦想而登上世界舞台的势力，最后都会被自认为至死不渝的盟友给坑到死。干涉东欧战事。 就注定要卷入世界强权的斗争当中，要么被老牌的强权给踩死，在斗争中成为炮灰，要么崛起成为新的强权，为争夺霸权而奋战。所以在听到雍博文的想法之后，苏焕章才会犹豫不决，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雍博文，原因无他。 这个可能得到的胜利果实实在是太甘甜了。作为百年大战的胜利者，中华法师以一国之力，同时扛住了欧陆诸国最强大的两个老牌术法势力的攻击。按照欧陆以实力为尊的传统，早就应该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世界强权之一了。可是事实却是，中华法师协会虽然成立了。 却一直处在世界法师委员会的边缘地带，没有任何话语权，对很多事情都无法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雍博文现在要走的这一步，不过是要重新夺回属于中华法师应有的话语权，让中华法师登上本应该在数十年前就登上的世界强权的宝座。而想要走到这一步，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实力，唯一的路。 只有拼杀一条血路。苏焕章想在任期结束之前摘下这胜利的果实，让自己的名字铭刻在属于中华法师协会光辉的历史之上。想要得到这些，只有依靠毫不妥协的斗争。而现在拥有这个斗争力量的，只有雍博文。中华术法界内拥有成为世界强权条件的，也只能是。 雍博文集团，这个荒唐的理由既是打脸，也是宣战的浩劫。正式向各大术法强权组织宣布，一个新的野心勃勃的集团已经降临，新的争夺之战正式打响，而这一战的决胜地点，即是东欧。 雍博文一行抵达布加勒斯特的时候，正值上午十点。本来应该是布加勒斯特机场最繁忙的十分之一，不过当代表团飞机降落在机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准备起飞或是降落的飞机，也没有任何准备登机或是出站的乘客。 为了迎接雍博文的到来，东欧法师协会在当天封锁了整个布加勒斯特的机场。这样做，既是出于对雍博文的重视和尊敬，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在听到雍博文准备访问东欧的风声之后，已经有极端强硬派的组织法师宣称要给雍博文一个深刻的教训，同时还有情报显示，不甘坐以待毙的异种联盟准备发动刺杀袭击。 将踏上东欧土地上的雍博文，生命永远留在这片所谓的被诅咒的土地上。来机场接机的是以现任东欧法师协会总理事会理事长季柳德里科夫为首的整个东欧法师协会理事会高层。季柳德里科夫是个五十岁左右的高瘦的男子，大夏天的依然穿着厚重的巫师法袍。 清楚的表明了他巫师工会会员的身份。看到雍博文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基柳德里科夫一点也不以自己年纪较大，或是自己是总理事长，而对雍博文只是个名义上的副理事长为概念，主动迎上去，伸出手，微微的弓腰，欢迎大天师光临布加勒斯特，啊，理事长先生，你好。 雍博文紧紧的握住季柳德里科夫的双手，非常感谢您亲自到来。两个人只来说出这么一句，就见季里德里科夫身后跟随的一众人当中，突然冲出一个人来，一把拉开自己的衣襟，繁琐的魔法阵闪烁着危险的光芒，去死吧！东欧自由万岁！那个人大呼着，带着一身的纹刻到皮肤上的魔法阵。 猛地扑向了还在紧紧握手的雍博文和季柳德里科夫，强烈而危险的法力波动在空气中爆发。那个突然扑出来的，浑身散发出强烈的光芒，仿佛旭日降临。法力的波动，而聚起了浓厚的乌云，刹那间黑到了伸手不见五指。黑暗。 唯一的光明，只有那个光芒四射的人形。噼啪，一道道闪电自墨黑的乌云当中落下，不停的击打在那个闪光的人形身上，越来越密，越来越快。随着那个人形的扑进而快速向着雍博文等人靠近。中途有两个东欧本地的法师挡在了那个人形前进的道路上，只一个照面。 就被肆意的电流当场变成了焦炭。一道雪亮的剑芒闪了过来，划破了黑暗的空间，闪电更快的速度，一击便刺穿了那个人的身体。跟着回过头，反复的刺激身体，从身体上穿过，留下一个个窟窿。 有电光自窟窿中溢出，好像喷泉一般猛烈而密集。那是自伤口中射出的血，只是那个人身体内外都是电，连着血液也变成了电芒。那个人大吼着，更多的电光自嘴巴中喷涌而出，直上高空，射入乌云。于是，墨黑的乌云当中，隐隐有光明涌动。 聚集，竟然将乌云映得透亮。更大的法力波动在酝酿着。那道剑芒连续反复的击射，不仅射穿了那个人的身体，还斩下了他的四肢，但是却依旧不能阻止他不顾一切的向前。袭击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靠近雍博文，再靠近雍博文，一直靠近到无法再近的距离，借着以他身上。 魔法阵为引导的巨大覆盖性的魔法攻击，进行覆盖性的打击。一道火龙般的烈焰猛然射击，正中袭击者。烈焰卷起着狂风，霎时间将袭击者全身点燃。熊熊的火焰缠绕着密集的电光，将黑暗的世界映照成了惨白的、晃动的色彩。 火龙的作用不仅仅是燃烧袭击者，巨大的冲击力还挡住了他的猛冲，顶着他不断的后退。袭击者仰面朝天，发出了最后的绝望而充满杀机的吼叫：“啊！”噗！一道水桶粗细的巨大的电流随着吼叫声自云层当中落了下来。 瞬间吞没了袭击者的身形，直没入其所在位置的地面。大地摇晃，地面寸寸的龟裂，雪亮的电光自裂缝间层层的溢出，噼里啪啦，溢满了地面，仿佛电流汇成的洪水一般四处的蔓延。一道道蛇样的电光自裂缝中喷射着，舞动着，寻找着一切可以摧毁的目标。 方圆数百米范围都笼罩在这强大魔法的范围之内。组成迎宾队伍的东欧法师们惊慌失措的四散奔逃着，纷纷施展法术护身，抵抗那自地面而射出的电蛇。可是那电蛇的威力却远超过他们这些普通法师单凭自身法力就能抵挡的程度。 一个又一个东欧法师被电蛇蛊惑，惨叫着化为一团团的黑灰。不过，作为袭击目标的雍博文一行人却是没有那么狼狈。在舷梯上的众人果断地撤回了飞机内部。他们搭乘的飞机属于法师协会所有，布设有各种防御法阵，即使是那个魔法直接击中飞机，也能抵挡一阵。 更何况，只是余波威力，根本就毫无影响。而雍博文等人已经下了飞机的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基柳德里科夫在闪电击下的第一时间，捏碎了自己的项链，撑起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牢牢抵挡住了袭击的魔法。防护罩内的地面安然无恙，雍博文等人站在防护罩内。 默默的注视着迎宾的东欧法师们成批成批的被电成灰烬。基鲁德里科夫脸色铁青，但因为要支撑着防护罩而无计可施。事实上，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多是普通级别的法师，十之八九是被拉进迎宾队伍里充数了，而跟在基鲁德里科夫身后的理事会高层都及时做出防范。 虽然免不了受伤，但终归没有死亡。非常抱歉，季柳德里科夫转头对雍博文说：“大天使阁下，发生这种事情是我们的失误，还请您见谅。”刚刚事发突然，季柳德里科夫没能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最先出手的却是影子般紧跟在雍博文身后的潘汉义。 他记起飞剑，对袭击者给予重创，然后却是雍博文施展烽火二符，打出火龙，将袭击者推开。袭击者垂死之余，已经无力再反冲了，只能在较远距离发动最后的打击，可是没能对雍博文造成伤害，却杀害了大量的东欧法师协会的法师。他是什么人、啊，能跟在你后面那么近的距离？ 在协会里应该地位不低吧？雍博文,文注视着闪电最初落下的位置。袭击者已经尸骨无存。他叫威利耶维奇，是理事会的执行理事，本土的一个小流派的掌管者，向来以强硬反对异种联盟和外来干涉势力的立场而闻名。之前就一直反对邀请您来东欧访问。 但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会偏执到这种地步，发动自杀性袭击。基柳德里科夫尽可能详细的解说，尤其是重点强调了威利耶维奇平日的立场和态度。执行理事已经是理事会的核心人物，我不知道他背后是不是有个掌控他的势力在促使他这样行动。可是为了刺杀我，却损失掉了一个已经爬到理事会高层的人员。 也未免太得不偿失了，真是可惜。看起来，某些人为了阻止我的前进，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我知道这次的东欧之行必定异常艰辛，只是想不到会难到这种程度。或许我在东欧的每一步都将踏着这般淋漓的鲜血而前进吧。啊，大天使阁下，您误会了，在我们这边主流的声音都是欢迎您来访的。 像维利耶维奇这样的角色都是极少数的，绝不会影响我们的交流，也影响不了大趋势。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也是我到东欧来的主要原因。暗杀与恐怖永远也不能改变历史的大势所趋。东欧战事的结束与异种联盟的灭亡早已注定，任何反对者都是居心叵测，他们永远不会成功。如果一意孤行，将必然被历史的车轮碾压于下。 强烈的电击持续了足有二十分钟方才结束。虽然有许多方法可以提前结束这场由魔法引发的地面电击，但无论是雍博文方面还是季鲁德里科夫方面都没有这样做。这场电击杀伤力最大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电流全部迸发，让方圆数百米范围淹没在电流的洪流当中，而是在最初爆发的时候。 大部分在场法师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人直接被电流击杀。但剩余的人很快就建立起了足够的防护，电流再强也无法有效的威胁了。基柳德里科夫更担心的是，还会有其他袭击者暗中潜藏，随时准备发动二次刺杀。那么一旦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消灭电流上，就会给敌人以足够的可乘之机。 已经发生了一次暗杀了，基柳德里科夫绝不允许再有第二次发生，因此他严令被电流分割在各处的法师们高度戒备，但是却不准花费精力化解地面电流。好在没有了主持者，这个法术也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基柳德里科夫不用担心在场法师无法维持太久防护的问题。电流一消失。 基柳德里科夫立即组织人清理现场，提高戒备等级。在此之前，他已经向总会方面发出讯息，附近的大队协会作战法师赶赴现场加强戒备。本来还应该有个简单的欢迎仪式，不过既然发生了这种事情，谁也不可能再有心情去搞这个东西。基柳德里科夫直接把代表团主人迎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数量大巴。 自己也陪着雍博文坐在第一辆大巴上，浩浩荡荡的车队便在前后数量多到可以称为庞大的保卫部队护卫之下，警车开道驶离机场，直奔位于布加勒斯特的东欧法师协会总部。作为罗马尼亚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布加勒斯特，是罗马尼亚的。 第一大城市。布加勒斯特在罗马尼亚中音译为布库尔什蒂，意为“欢乐之城”，坐落于瓦拉基亚平原中多瑙河支流登博维查尔河畔。登博维查尔河穿城而过，将城市分为几乎相等的两半。市区内十二个湖泊从。 登伯维察河相平行，一个连着一个，宛如一串串珠光闪闪的项链一般，把布加勒斯特装扮的分外的艳。用草坪、玫瑰花、月季花组成的色彩缤纷的花坛随处可见，宛如一个超级大的花园。不过，这座欢乐之城如今盛满的都是厌倦。 悲哀。<AI>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七十六章，在世俗世界方面，苏维埃解体之后，罗马尼亚经过短暂的政治狂欢，便陷入了经济持续衰退之中。 失去了整个令整个世界都为之畏惧的红色强权靠山之后，罗马尼亚也没有得到新靠山欧美的太多支持。如今的布加勒斯特一如整个罗马尼亚一般，经济衰退，贪污腐败成风，失业率居高不下，新纳主义横行。 在书法世界方面，持续多年的法师协会与异种联盟的战事，让这个国度一直在暗中不断的失血，大量优秀的年轻人丧命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当中，以至于布加勒斯特整个城市大部分家庭中，都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孩子。说句整个布加勒斯特家家带孝，绝不夸张。 这种大规模的牺牲，使得这场本应该只存在于世俗世界阴影当中的战争，在布加勒斯特却几乎人人皆知，成为不是秘密中的秘密。白天的时候，布加勒斯特的市民们为生计奔波；夜晚的时候，同样是这些市民们却要动员起来，为这场阴影中的战争而各尽所能的服务。说起来有些讽刺。 布加勒斯特能够在经济如此衰败的情况下依然维持稳定平静，很大原因就是布加勒斯特的市民们在夜晚为法师协会的服务中挣到了足够维持生计的薪水，同时大量优秀的年轻人被强行的征召加入了法师协会，也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就业压力。车队。 穿行在布加勒斯特的街巷，沿路可见两旁栽满了绿绿葱葱的树木。街边有菩提树、栗子树，楼群间有李子树、樱桃树。如今正是结果的好季节，树上皆是果实累累，但更多的还是丁香树。 这让整个城市都浸醉在丁香的芬芳之中。你即便是坐在行驶的汽车里，也能清楚的闻到。坐在雍博文身旁的季柳德里科夫热情的为雍博文介绍着沿途经过的各种历史古迹，热闹景，努力的缓和着因为袭击而导致的紧张、压抑的气氛。 很快就抵达了位于登博维查河畔的东欧法师协会总部。那是一个独立的小区，由一组六栋高楼所组成。当车队抵达总部大门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大门前聚满了大批人群，都举着牌子，高呼着口号，显然是在抗议着什么。 只是无论牌子上写的字儿啊，还是呼唤的口号，雍博文等人是听不懂也看不明白。幸好随团有翻译，就坐在雍博文身后的座位上，原本一直在小声翻译着基柳德里科夫的话，看到此情此景，便很尽职的为雍博文翻译。呃，那个牌子是写的都是些口号。 什么新殖民者滚出去！什么东欧的事情不需要中国人来说三道四。大概的内容也差不多。呃，那是在抗议我们的到访。基柳德里科夫尴尬之余又有些恼火。哦，真是抱歉，大天使阁下，您来访的事情，我们认为是对前线士气的很好的鼓励，所以我们就没有封锁消息，却想不到这些家伙会跳出来。 保全部法师不知道都在些干什么，都闹成这个样子了，也不出来驱赶处置一下。看起来我真是不怎么受欢迎啊！我这还什么都没干呢，就有了抗议的待遇。啊，这只是少数，绝对的少数。我保证，协会的主流对于大天师您的到访还是极为欢迎的。基柳德里科夫信誓旦旦,旦的保证。 我相信，布鲁克斯先生绝对不可能是少数派，不是吗？荣博文微笑着。如果海默布鲁克斯在东欧这边都能成少数派的话，那他也不可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并且执掌东欧法师协会二十余年。现如今，他虽然不任职了，但对于整个东欧术法界而言，也是太上皇一般的存在。 当夜，海默布鲁克斯设宴招待雍博文一行，中国租界办法施行及东欧战事考察代表团成员。威震东欧，被视作东欧战场定海神针的海默布鲁克斯，单从外表上来看，完全看不出是个名声显赫的大人物。这是一个外表瘦弱的。 中年人，只有四十多岁的样子，脸色苍白，显得极不健康，戴着副金丝边的眼镜，穿着很普通的西装，领带打的是端端正正，一丝不苟，看起来他更像是一个教了半辈子书却讲不上教授称职的大学讲师，完全没有那种叱咤风云的气度。 当雍博文一行人抵达东欧法师协会总部的时候，这位声名赫赫的东欧第一大降魔师很是谦卑的站在了大厅中迎候着，而东欧法师协会现任主席耶里维奇也只能站在他的身后。当海默说话的时候，在场的东欧法师没有一个敢随意出声插嘴的，都是很认真的侧着脑袋倾听着。 不时还要露出赞同、嗯、赞赏，甚至赞叹等轻微的声音。哦、oh,，yes，yes。啊，当然，他们说的可能不是这个、这个、这个语言啊。嗯、<laughs> 雍博文向海默介绍了随行一众的人员。海默在此之前显然做了充足的功课，雍博文身边的重要人物的情况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介绍到张晶晶，他会感叹后生可畏啊，对张晶晶在此之前的一番翻云覆雨的运作赞叹有加。介绍到赵晨曦的时候，他会感叹，哎呀，英雄不问出处啊，对赵晨曦在公司营销方面开创性的贡献如数家珍。介绍到艾丽云的时候，他会赞叹艾丽云的美貌，恭维她与雍博文是天作之合。 介绍到余春兵的时候，他则是先感叹地回忆了与于承世曾经的交往，对于承世支持东欧战事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后才称赞于春兵“虎父无犬女”，接掌术法物品制造公司以来做得相当出色，甚至还举了公司近期的几大重大的决策。 啊，这都是于纯兵执掌公司之后拍板做的最后的决定。事实也证明了于纯兵这些决定的正确与英明，正是于纯兵近期最得意的事情。海默对每个人的赞赏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而且准确无误。只不过介绍见面这么短短的一刻，他就博得了代表团全体的好感。只是。 当介绍到梅雅轩的时候，海默的神态有些迟疑，但是也就那么短短的一瞬，就立刻恢复了正常，摆出和蔼长辈的架势。啊、哦，原来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地狱火女公爵呀！我还以为你的年纪能更大一些呢，想不到这样的年轻，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呃，恕我冒昧。 你是雍博文大天师的阴阳兵吧？怎么只有你这个阳兵，不见随同的阴兵啊？梅雅轩是雍博文的阴阳兵这件事情，随着两人名扬天下，也传的是尽人皆知。而练阴阳兵也是当前术法界主流的法师速成的办法，在战事紧急的东欧地区尤其风靡。能够有如梅雅轩这般得力的阴阳兵。 对于东欧法师而言，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只是阴兵是阳兵的根本。海默上来就问梅雅轩的阴兵，确确实实是相当的冒昧，只不过海默的神态坦然，完全没有任何别扭的地方，倒也没有让人感到不快。梅雅轩迟疑了一下：“大天师阁下法力强大，我的阴兵……” 害怕受到您法力余波的冲击，所以不敢在这里出现，还请您见谅。这纯粹就是睁眼说瞎话呢。虽然 Carrie 被雍博文施法隐匿起来了，但是他与梅雅轩心意相通，梅雅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此刻就在他身旁的 Carrie 是怀着怎样一种激动、悲伤的心情，偷偷的注视着近在咫尺却不敢相见的父亲。 而且梅雅轩这瞎话说的相当外行。阴阳兵的阴兵，除非是针对性的攻击，否则一般是不惧怕外来散发的法力冲击的。Carry 对阴阳兵的法术一知半解，连带着梅雅轩也是稀里糊涂，随随便便张嘴就来了。哇、哦，哪里，是我冒昧了。其实，我看到你。 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小女儿，她被异种联盟掳走的那一年，也就跟你差不多大。之前一直嚷着想学一学练阴阳兵的法术，好帮助我多练阴阳兵，把异种联盟从我们土地上赶出去。唉，这一晃也是好多年了。 梅亚轩便觉得胸中涌起了无法抑制的酸楚与悲哀，那是来自凯瑞 r r 的情绪。雍博文却是心里有鬼，眼看着海默与梅亚轩聊得热乎，话题直奔阴阳兵和凯瑞 r r 这两个关键词而去，哪还待得住啊？赶紧上前打断两个人的对话，继续给海默介绍其他代表团成员。一边介绍，一边心里还犯嘀咕。 这家伙不是从哪听来的风声吗？知道了梅雅轩的阴兵是凯瑞了吗？这对话套路明显是往阴兵身上引啊！再让他们谈下去，指不定就想见一见梅雅轩的阴兵了。这家伙难道就是这个目的，想把凯瑞引出来，然后借机把他抢走？不过海默随后却再也没有看梅雅轩一眼。 看起来，刚刚的寒暄一如之前对其他人一般，只是找准了称赞的突破口而已。哎呀，这让雍博文稍稍松了口气。大事在即，他是真心不希望后院起火，在与海默这个解决东欧问题的关键人物爆发冲突。接下来的流程一切正常，海默似乎已经忘记了与梅亚轩的对话，只是笑吟吟的称赞着每一位代表。 话题专注在东欧的景致风俗上面，绝口不提令人揪心的战事问题了。到了晚宴时，东欧法师协会留在布加勒斯特的主要高层尽数参加。海默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东欧法师学会全体热烈欢迎雍博文一行中国朋友的到来。虽然人多，但是整个过程实在是。 乏善可陈，不外乎就是吃吃喝喝，借机与陌生人相互认识。晚宴结束之后，便是盛大的迎宾舞会。海默安排了号称东欧之花的协会最漂亮的女法师，主动邀请雍博文跳第一曲舞，而他呢，自己则先后陪着艾丽云和于春冰跳了一曲。虽然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但是实际上海默。 八十多岁，尽管显得年轻，但是年岁实在是不饶人了、啊。跳了两曲之后，便累得有些气喘了，告了声罪，自己去寻了边上的座位休息去他刚刚在位置上坐定，气还没喘两口，一个藏身在黑暗阴影中的人，悄然的走到海默身旁，低声说：“我敢保证。” 就是那个女孩子，没错。海默布鲁克斯端起桌上的酒杯，头也不回。我还没见到凯瑞，怎么能证明你说的？或许让夫人见一见梅亚轩，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阴影中的人一直没有露出头脸，只停留在光明和阴影的分隔之处。 雍博文既然练了凯瑞小姐做阴阳兵，肯定也很清楚凯瑞小姐的来历。在这种时候，他绝不会节外生枝，让小姐与您相见不是相认的。布鲁克斯夫人本应该出席欢迎宴会和舞会的，但不巧的是，她正患病卧床，没能参加，倒让雍博文最初替凯瑞做的打算落到了空处了。 而这两个场合之后，再就是各种公式会谈。布鲁克斯夫人不在协会任职，也就没有什么机会再露面了。凯瑞为此深感遗憾，但也只能把这种遗憾深藏在心中。雍博文已经为他做的够多了，他也必须为雍博文的东欧战略考虑才行。如果雍博文知道凯瑞是我的女儿，又怎么敢把她练成阴阳兵呢？ 海默的语气平淡，却充满了自信。若是凯瑞小姐自己要求的呢？阴影中的人低声说：“在葫芦岛见过凯瑞小姐之后，我专门对阴阳兵进行了调查。这些阴阳兵都是她从七色岛上炼制而成的，用的阳兵就是人蛇帮为澳大利亚协会进的那批货物。澳大利亚法师协会因此派人暗中潜入葫芦岛。” 妄图劫回货物，由此引发剧烈的冲突，这才有雍博文潜入澳洲大搞破坏。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他炼制阴阳兵中的阴兵，也取自乎七色到绝大部分都是在黑帮火并中被杀死的黑社会成员。米亚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炼制而成的。凯瑞小姐如果自由的话，自然不可能跑去做黑社会。那么。 唯一的可能就只有一个。听说，落入人蛇帮的女孩，下场都是非常凄惨。够了，奥利格，不要说了！不要以为你向我提供了凯瑞的消息，我就会纵容你任何的失礼之处。<noise> 海默将酒杯重重的放在桌子上，杯中九点。 滴点未洒，可是下面的桌子却是七裂八瓣，之后无声无息的化为一缕青烟。阴影中的奥列格沉声说：“阁下，请注意，我不是乞求您的施舍来的，而是向您提供您急需的情报，以换取自己暂时的安身之地。待到俄罗斯国内局势稳定下来，我还是会回国的。” 逃出俄罗斯之后，奥列格来到了罗马尼亚，找上了海默布鲁克斯。当然，奥列格也可以选择逃到其他国家，隐姓埋名过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是如此之大，法师的世界只是整个世界的一角。如果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从此躲过俄罗斯方面的追杀。可是，奥列格当然不会甘心这样隐姓埋名度过余生。 他跟随马卡里奇多年，为俄罗斯立下汗马功劳，最终却落得有家归不得的下场，怎么可能没有怨恨呢？反复思量之后，他决定以自己当初无意中掌握的一个小小信息，换取与海默布鲁克斯会面的机会。而像他这种人，只要有一个机会，便可以牢牢把握。作为直属马卡里奇的秘密情报组织头子。 奥列格手中掌握着相当多极具价值的隐秘情报，而其中关于异种联盟的部分，足以打动一直念兹在兹以消灭异种联盟为己任的海默布鲁克斯。于是，奥列格成功留了下来，将用自己掌握的情报协助海默布鲁克斯彻底消灭异种联盟。 而他的要求也很简单，那就是结束东欧战事之后，希望可以获得东欧法师协会的资助，潜回俄罗斯，做一些事情，取回一些本就应该属于他却再也没有机会获取的奖励，并向乌利亚娜报复。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父子。 第六百七十七章。是的，奥列格从自己掌握的情报和所在的角度得到了很明确的认识。就算乌利亚娜不可能真正的重新统一俄罗斯术法界，但是他在下权宫的位置却是无可置疑的，必将稳定下来，依旧会领导着俄罗斯术法界唯一被国际承认的代表——俄罗斯法师协会。 但是，不管是从自己被迫迫害、不得不逃出国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马卡里奇的离奇死亡、不得善终这个角角色角度来看，奥列格都不能允许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乌利亚娜在那个本不属于他的位置上坐稳。异种联盟一日不灭，你就别想再回俄罗斯。想必你也清楚这一点。 只要一种联盟还存在任何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雍博文都绝不允许俄罗斯落在其他人的掌控之中。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才会为您服务，以期待东欧战事能够提早结束。虽然目前寄人篱下，但是奥列格没有卑躬屈膝的打算，不卑不亢。作为您私人聘用的情报助理，而不是您的奴隶。 其实，您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才能证实凯瑞小姐的下落，而不是纠缠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必须得提醒您，这是您不可多得的机会。梅亚轩作为雍博文最重要的手下，就算是执掌雇佣兵公司，也不可能留下来坐镇指挥。一旦他随雍博文归国，您将再次永远的失去您的女儿。海默布鲁克斯。 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在心中默默的权衡着这样做是否值得。在这场与异种联盟的战斗，他失去了几个女儿，但除了 Carrie 这个最小的女儿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寻回或是带回了魂魄，只有 Carrie 音讯全无。在以前的某一次召唤魂魄施法的过程中，海默曾似乎接触到了 Carrie 的灵魂，但是 Carrie。 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的招呼。海默曾数次用教中的法术占卜过，得到的结论无一例外都是：Harry 的魂魄如今仍在人间。寻回这个小女儿，也就成了海默仅次于消灭异种联盟的第一大愿望。眼下这个愿望似乎终于要实现了，可是却与消灭异种联盟的愿望发生了冲突。 一旦得罪了雍博文，让其决定放弃这个宏伟的计划，对于雍博文而讲，似乎也没有大的实质性的伤害。可是对于海默布鲁克斯而言，再想等到这个好机会，我不知道是猴年马月。海默布鲁克斯终究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感情动物。如果这里坐着的是布鲁克斯夫人，给奥列格的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但是现在。 海默布鲁克斯沉默片刻之后，挥手了。奥列格法师，记住你来到这里的目的和当初与我达成的协议，不要再做其他无意义的事情。只要做好你分内的事情，我允诺的一定会做到。奥列格微一躬身，就要退回黑暗。凯瑞的下落只是他求海默布鲁克斯的敲门砖，真正的目的还在于用自己掌握的情报。 换取一个反击乌利亚娜的机会，他只要达成目的就好了。至于海默布鲁克斯是否找回自己的女儿，或是准备如何找回女儿，那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还有，不要去打扰雍大庭使。如果没有雍博文的背后支持，乌利亚娜也不可能搅动如此大的风波。 换句话说，没有雍博文，也就没有如今的俄罗斯内战，也就不会有乌利亚纳的上位，自然也就不会有奥列格的流亡。真正追究起来，雍博文才是导致奥列格弃国出逃，从英雄变成罪人的真正罪魁祸首。如果奥列格要报复的话，雍博文毫无意外的，也必然是他报复的目标。而这自然不是海默布鲁克斯所愿意看到。 奥列格抬头看了舞池中央仍然在翩翩起舞的雍博文，没敢多看，生怕引起雍博文的警觉，旋即低下头，压抑着声音：“如您所愿，布鲁克斯先生，我想我还没有那么蠢到去自寻死，不是吗？雍博文这种人物不是我现在所能对付得了的，您就放心吧。你的冷静真是令人感到可怕。” 或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今日与你的交易。海默布鲁克斯缓缓的起身，向着舞会的中央走去。他作为主人，也是整个东欧法师协会地位最高者，真正与雍博文地位平等的协会会员。就算是休息，也不可能耽误太久的时间，那样只会给人不礼貌的印象了。当然了。 以海默布鲁克斯的地位和实力，就算是再多人感到他不礼貌，他也不用在乎。但是此刻，那个在舞池中央起舞的年轻中国法师，很显然就是少数他需要在意其他看法的一员。哎呀，真是年轻的令人嫉妒啊！海默布鲁克斯在内心深处如此感叹着。或许他这个指挥会员的含金量要远远超过雍博文。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名声要远远超过雍博文，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些个人因素以外的实力比雍博文却是要、哦、远远超过他了。单只凭他手握着东欧法师协会术法武器供应的主要源头，就足以让整个东欧的法师对他毕恭毕敬了。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舞会现场的灯光一下子灭了，旋即。 昏黄的安全应急灯响起，音乐停止在场的中国法师都疑惑地交头接耳，猜测发生什么事情了。倒是东欧法师都显得从容淡定，对这种情况明显的司空见惯了。他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寻找座位，坐下休息，还有一些走到落地大窗前向外张望。现在。 与雍博文共舞的这位女法师名唤艾希亚，容貌上只能算是中等偏上啊，却有一副火辣无比的身材。跳舞的时候紧贴着雍博文，哎，哎有股子恨不得把自己挤到雍博文身体里的劲头。哎呀，弄得雍大天使好不尴尬，尤其是在自家老婆就在不远处盯着的情况之下。 着实有些吃不消啊！听到警报声响起，看到雍博文一脸的疑惑，艾西亚便笑着说：“打听时阁下在国内一定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吧？这是空袭的警报。一种联盟以吸血鬼为首的空中部队，隔三差五的就会对协会掌握着主要城市进行空袭，主要打击的都是武器库、物资仓库。” 作战法师部队的营地，他忍不住叹了口气。我从记事起，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是在这样的警报声中度过的。每次警报声一响起来，都要随着父母躲到地下封闭的法阵当中。以前的异种联盟的空袭可是比现在要嚣张多了。欺负协会这边能够飞行的法师太少，防空法术有限，随意的攻击。 每次空袭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有一次，甚至专门炸城市内的油库，将整个城市点燃取乐，看着城中的居民被火焚烧，甚至拍下来录像，来回放着取乐。哦，这些妖魔呀，没有一点的人性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妖魔与人类从古至今，便鲜有和平共处之时。这是对地球这个生存空间争夺的种族战争。任何对敌人的怜悯，都是对我们自己的犯罪。像他们这些异类，最好的，就是全部死掉。说得好。海默布鲁克斯轻轻鼓着掌，走到雍博文的身旁，扬声说道：“一种联盟的妖魔。” 是我们人类绝无共存之可能，不是他们亡，就是我们死。这么清楚的事实，偏偏有些人却看不清楚，还幻想着与妖魔媾和，这是对人类整个种族的背叛。窗外隐隐传来剧烈的爆炸声，闪电般的光芒忽闪忽灭。 映亮了整个夜空。海默布鲁克斯请雍博文走到窗边，指着夜空。异种联盟曾经横行整个天空，不分日夜的仗着空中优势对我们进行无差别的打击。可是现在，<laughs> 他们只敢挑选日子在夜晚进行偷袭。异种联盟。 曾经占据了东欧半数的国家，全世界都认为我们东欧法师很难再支撑下去了。国际法师委员会甚至已经做好了在纽约建立东欧流亡法师协会的准备。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实现反攻，光复波兰，将异种联盟压缩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狭小地带。 时间在我们这边，胜利也必将在我们这边。夜空中，无数巨大的蝙蝠模样的身影纵横飞舞，一道道火焰组成的鞭子从地面飞起，狠狠地抽向这些巨大的蝙蝠。闪电、火球、雨点般的坠向地面，换来的是暴雨般的光点的攻击。 整个布加勒斯特的上空都成了激战的现场。中国法师代表团的代表们纷纷涌到窗前，近距离观看这以往只有在视频录像中才能看到的激烈的交战的场面，一个个都是神色紧张。那些生于和平、长于安宁的法师们哪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呢？见过最大的场面也不过就是百十号人啊，互殴吧。 就算是雍博文，也是只在地狱、妖界或是域外战场见识过类似规模的战斗，但是在人间，却还是头一回看到，也算是第一次对异种联盟的战斗实力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东欧战事可谓人类与异种联盟之间的一场国际战，能打数十年，这其中的牺牲之惨重。 难以想象。这一刻，雍博文对坚持作战这么多年的东欧法师同行肃然起敬，对始终坚持主战毫不动摇的海默布鲁克斯肃然起敬。我们能够取得这一切的胜利，离不开欧美各国法师协会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 于成市法师名下公司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正是有了来自中国术法武器的支持，我们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防空体系，令异种联盟的空中妖魔部队为之胆寒。于成市法师的不幸离开，是全世界法师协会同仁的巨大的损失。各位，我提议。 此时此刻，让我们为于城市法师的不幸落难集体默哀三分钟。站在窗前的海默布鲁克斯率先低下头，默然肃立。在场的东欧法师与中国法师都是立刻响应，垂头默哀。刚刚还热闹喧嚣的舞厅陷入了一片。 凝重的沉默，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窗外纷繁喧闹的世界。一道道雪亮的探照灯，光柱仿佛一柄柄利剑一般划过乌沉的夜空。密集的防空炮火如同暴雨一般，洗涤着妖影纵横的天域。一只只妖魔不停的坠落，发出。 垂死的惨呼悲鸣。蓦的一只妖魔落到了舞厅上空的玻璃天窗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那天窗是特制的，别说只是掉下来个妖魔，便算是掉下来块陨石也砸不穿。那妖魔受了重伤，鲜血染满了整个天窗。 他就在血泊之中痛苦着，嚎叫着，紧紧趴在窗户上，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窗下的众多人类。雍博文看得真切，这只妖魔的外表与人类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长了一对巨大的翅膀样的肉翅，两只眼睛通红，嚎叫着，露出锋利的犬齿。这是一只吸血鬼。 传说中最是优雅的一种妖魔，他们的漫长生命保证了他们熟悉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礼仪。据说欧陆那边还有上层贵族们为了学习古礼，还特意的从法师协会购买吸血鬼来当礼仪教师的。但是现在这只吸血鬼全无任何优雅可言，满身的血染，胸腹破了个大洞，内脏。 在坠落的时候，从破洞中摔了出来，挂在了身体内外都是。吸血鬼的生命力极为强大，这种程度的伤也无法令其击毙。若是能够及时吸食到足够的新鲜的血液，就可以很快恢复。把他放进来，了结他的性命。海默布鲁克斯向着身后喊，随着他的喊声，那天窗缓缓地移动。 向下慢慢的打开，趴在上面那只吸血鬼伴着血雨摔落进来，啪！他无力地扇动了几下翅膀，却终究没能带动身体，重重地摔在了舞池中央。但是他马上就挣扎着站了起来，警惕着看着四周，看清楚环境之后。 这只吸血鬼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你想吧，一只妖魔掉进了法师堆里，啊，就跟一个劫匪闯进银行，却发现里面全都是取工资的警察一样悲剧。只有死路一条。哎，我请求，能有一个公平的对决的机会。 吸血鬼沙哑着嗓子高声的叫唤着，一名东欧法师站出来，缓缓走到那个吸血鬼的前方，举起法杖。吸血鬼振作精神，想要准备战斗，但是他马上发现四周围观的法师们全都举起了法杖。不，你们怎么能这样无情？啊啊！吸血鬼绝望的大叫，但是回答他的只有一颗颗火球。 火球术，七式魔法中最基本的法术，威力是法师的个人法力程度而不一。射出的火球，大的有脸盆大小，小的就连拳头那么大。可是无一例外的射击准确、坚决，被上面的火球先后击中的吸血鬼变成了一堆灰渣，真正的被直接轰杀成渣了。 他只是找个借口，想借机制造混乱逃走罢了。海默布鲁克斯解释着，生怕雍博文也认为他们这样做呀、啊、不地道。以前我们上过这样的当，所以现在对付这些妖魔，向来没有二话可说。好方法，对付这些妖魔，就不要给他们一点机会。是啊，绝不能给他们一点机会。当年异种联盟远不像今天这样成气候。 可是现在却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东欧的战事将是一场长期、而漫长又艰苦的战斗。想要结束它，还需要大天师阁下的多多协助。舞池中央的几个法师上去打扫吸血鬼留下的灰渣。天窗正缓缓的关闭。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父亲第六百七十八章，布鲁克斯阁下，以东欧目前的状况，就算是租借办法落到实处，你们彻底消灭异种联盟，又需要多长时间？至少还需要五年。 对于东欧战事，海默布鲁克斯向来是成竹在胸的，随时随地谈起来就能说得头头是道。我们需要两年时间把异种联盟赶出主要城市，接下来肃清残敌，完全恢复对整个地区有效的统治，然后集中力量彻底消灭异种联盟的防御力量。五年，太久了，我等不了那么久。 这已经是我们能力范围内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即使是大天使您派出雇佣部队参与作战，也很难再加快多少。异种联盟自从收缩防线之后，一直很少与我们正面作战，而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和善于伪装的本能，对我们进行骚扰作战。海默布鲁克斯自然知道，英伯文支援东欧法师协会的目的是为了报复。 但是很担心他为了报复而失去理性。战争这种东西，一手棋错很容易导致满盘皆输啊！不知道谁谁谁下过象棋啊？给大家支一招啊，就不要觉得啊啊除除非对方真真的是菜手了、啊，不然的话，越到将军的时候越要谨慎，因为你觉得你要成功的时候，往往你下错一步，满盘皆输。 啊啊，跑题了！哎、啊，对不起啊，回来了、嗯。海默布鲁克斯不希望受到雍博文非理性的干涉而毁掉眼前的大好局面。啊，不，不，我没有干涉你们作战进度的想法，我只是想提供一个可能。您可以帮我判断一下是否可行？我准备采取斩首作战方式，摸清异种联盟的老巢之后，空投部队过去，一举将其老巢扫平。 这样，在外的妖魔失去了家中的统一指挥，也就很容易各个,个击破了。这很难行得通。海默布鲁克斯不假思索。别的方面不说，光是空降部队这一项就不现实。我们很难把大批部队空投进异主联盟的控制区域。可是，少来少去的队伍又很难适应这种强度的作战需要。多了过不去，少了不济事啊。 如果问题在于投入部队这件事情上，大可不必担心，这个由我解决。只要能够找到一种联盟的老巢，我绝对可以投入足够数量的队伍进行作战。我只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向导和足够准确的情报。作战不需要你们出入。不需要你们出人。使用电脑进行大规模部队投放这件事情，对外依旧是高度机密的。 于城市生前公开推广的鬼魂转换器是经过简化改装的版本，通过调整法术的设置，使转换器无法转换有生命物体进入电脑。而拥有完全功能的转换器仅做限量生产，定向使用。就目前而言，这类完全功能的鬼魂转换器基本上就是出了生产车间就直接装上车。 拉往雍伯文殖民地去，即使是在殖民地内部知道这个功能的，能使用这类完全版鬼魂转换器的人，也在绝对的少数。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员工，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机密。雍伯文当然没有义务告诉海海默布鲁克斯自己是如何投放部队的，只需要表现出足够的信心就可以了。 世界如此之大，法术千奇百怪。雍博文作为一个指挥会员，站在法师协会数千万法师顶峰的高等级法师，如果说有什么大规模传送作战部队的方法，也不是不可能啊。海默布鲁克斯沉默片刻，方才说：“大天使阁下，对于你而言，复仇是主要目标。” 只要消灭一种联盟高层，就算达成了目的。但是对于我们而言，东欧是我们生存繁衍的家园，我们的目标是彻底消灭这些妖魔，还我们家园一个清平的世界。对于大天使阁下给予我们的支持，我们表示欢迎。协助大天使完成心愿，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如果仅仅为大天使阁下了却心愿，却不顾及其他的话，这却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哈，<laughs> 布鲁克斯阁下，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让你产生了误解。这句话让两个人身后的翻译都有些紧张，很担心是不是自己翻译的问题呀、啊？是雍博文想要表达的某些意愿被布鲁海默布鲁克斯曲解了。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要知道，这两位指挥正在谈论的话题将决定东欧战士未来的走向，以及数以万计的人类和妖魔的生死。任何过错都可能无法容忍。雍博文注意到两个翻译的紧张了啊，哈，呃，不是你们的错啊，是我没有说清楚。呃，彻底而干净的消灭异种联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们中国书法界。 愿意为东欧的法师同仁提供最坚强的后盾，租借办法也是依据这个前提而来的，并将在达成协议之后一直持续执行到战事完全结束为止。这一点请不用担心。我想说的是，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问题。雍博文重点指了指自己。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我的目标是复仇，但复仇。 不是我的全部，我事情很多，不能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所以我需要以最短的时间内达成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这样我就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其他工作上面。但是完成了斩首计划之后，中国书法界对东欧的支持态度和计划绝不会改变的。海莫布鲁克斯微微点头。那么，中国书法界啊、呃，或者说是你。 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补偿？我听说你已经许诺，对于愿意参与租借办法的中国法师，你将从地狱或是妖界开发方面给予同等损失的补偿。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说雍博文的租借办法只持续到他完成斩首计划、摧毁异种联盟老巢的话，那么支持他这样做的，自然就是为了复仇而付出的代价。 但是，既然雍博文愿意支持东欧法师协会，在此之后继续作战，那么东欧法师协会就必然要付出足够的代价。到了他们两个人这个地位，又是私下交流，很多问题上根本就不会拐弯抹角、含含糊糊。那些公开发布的外交辞令啊，绝不适用于这种环境，直截了当才是最适当的方式。布鲁克斯阁下、啊。 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雍博文指了指天空，和其他各方一样，我也要分享通往天堂的这个通道。我想光复纽尔维斯的时候，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吧。通往异界的通道是如此的诱人，任何人间的法师都无法抵挡其中的诱惑。 可是我不明白，作为一名东方的法师，你们与欧陆的信仰体系完全不同。就算是拿到通往天堂的通道，也不可能让那边接受你们。你也清楚，那边对于进入者的身份有着严格的要求，非信徒的异教徒得到的只可能是毫不留情的神罚。我只是听说了一些事情，想要通过这个通道来验证一下真假。 我只是需要得到通道的坐标就可以，其他的问题都由我们自己处理，哪怕是神罚，我们一样可以承受。雍博文对于所谓的神罚并不放在心上。那个位于东欧的通往天堂的通道或是手段，明显是不是正规途径的，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只要满足足够的条件，任何人都可以由此进入天堂，就更不会有阿纳托里。 自天堂返回人间这种事情发生，海默布鲁克斯摇着头。很多人都为了这个目标而来，但他们无一例外的失望了。那里的情况绝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但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可以答应。光复纽尔维斯的时候，最先满足你的要求。非常感谢。 这一条款，我会让人作为密约加入协议当中。雍博文正说着呢，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拿起来瞧了瞧，哟，却是个陌生的号码。他的手机号啊，只有少部分人才知道，能够给他直接打电话的，如今不是公司心腹，就是协会高层。但是这些人的号码他都有存，眼前这个号码，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思忖了一下，向海默布鲁克斯告了罪，转身走到一旁，接起电话：“喂，小庸啊，我是濮阳海啊。”电话那边传来了濮阳海爽朗的声音，但是却明显有些底气不足的心虚的感觉。濮阳海自打交出了剑刃地狱的坐标之后，经张晶晶运作。 悄然地成立了一家基本上没有外人知晓的剑刃地狱调查工作室，目前已经与剑刃地狱初步地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稳定通道，派出部分侦察傀儡进入剑刃地狱进行侦查，并采集各类的标本。虽然没有收入，但既然坐标已经证实了剑刃地狱通道已经打开，那么雍博文还是按照约定的股份，每月支付濮阳海一笔分红。 确保他及其弟子能够安心修行，不用再为生计担心。啊，这段时间濮阳海过得相当滋润呢、啊，在春城买了栋楼了，把自家弟子都安置在楼内住下，从此就算是在春城扎根了，很有些当年这个古阳定的风范了。虽然说是河谷，但是濮阳海对经营开发一窍不通。 当初拿剑刃地狱的坐标和股，目的也相当简单单纯，就是要借助雍博文集团的力量，把掌握的剑刃地狱通道坐标换成足够一众弟子衣食无忧的财富。目前雍博文每月给他预支的分红，就已经足够达成这个目的。蒲阳海在钱财上面就是没有太大的什么野心的，既然现在拿到的钱就已经花不完了。 其他的关于剑刃地狱开发的事情，也就一概不去理会了，通通的交给雍博文集团处理。自打建立完成稳定的剑刃地狱通道之后，他便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雍博文了。雍博文事务繁忙，而濮阳海则是醉心修行，两个人道不同，但是都不是闲人。突然间，濮阳海就打过电话来了，想必不是太久不见。 有些想念，特意打电话过来问好的。濮阳先生，有什么事吗？雍博文心里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对于一个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法师而言，这种突然出现的感觉，学名叫做心血来潮，多半是与自己相关的事情将要发生某种变化而导致的模糊的预感，在此基础上发展的。 起来的一门法术叫做“天机术”啊，小雍法师，你现在也挺忙的吧？国际长途也挺贵。那个，我长话短说啊。雍博文虽然与濮阳海不是经常联系，但是雍博文带团赴东欧协商租借办法，预谋铲除异种联盟，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 不过眼下却是用这个理由来打哈哈时，我有只鹦鹉，就是那次验证你们两个身份时停在我肩膀上的那只，你还记不记得？啊，记得，怎么了？雍博文自然是记得那只明显有些异常的鹦鹉。那只鹦鹉丢了，我前阵子入定神游，走了一个星期的功夫。 回来就发现那只鹦鹉丢了，笼子空空的。那笼子我设了法阵封印的，谁知道那鹦鹉居然还有余力破解法阵封印，结果让它给跑了。你说这事儿，哎，本来我是打算过一阵子就处置他的，这一跑可就麻烦了。你和小爱都得多加小心了。你你等会儿。嗯 胡阳先生，您知道我是在东欧是吧唉？你打电话来就是想告诉我你的鹦鹉丢了，让我和小云姐多加小心。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啊？哦哦、哎，呃，怎么我没有告诉过你们吗？啊，对了对了对了，前阵子事情太忙，居然把这件事情。 忘到脑后去了。本来我是打算告诉你们的。说重点吧，濮阳先生。雍伯文越发感到事情不妙了。濮阳海不是那种没担系的人，现在这个表现很显然是他心虚了，认为丢失鹦鹉这件事情将造成的极大影响，在他这种大神通法师都会被认为是大事件，那就肯定不那么容易解决了。 那只鹦鹉其实是玛丽卡残魂的寄托躯体，正是它找到我，才有了后来那场验证大会呀、啊。玛丽卡已经入魔，我原打算用本派法术慢慢的净化她的魔性，然后让她重新转世，可是没想到她居然能逃走了。阿弥陀佛，这次是我失误了，你可得多加小心点啊。 玛丽卡对青龙金胎的事情念念不忘，我怕就怕他在我们三脉金刚这里得不到支持，就会剑走偏锋，走偏门去找石轮转劫呀。永博文大为光火，这么重要的事情，濮阳海怎么可能忘掉呢？只不过他是不想告诉自己罢了。可以想象，玛丽卡再怎么样也是跟他同出一脉，总有那么几分香火情分。 他肯定是想偷偷处处置完之后，让玛丽卡重新转生。要不是出了这档子事情，大概濮阳海永远也不会说出这个秘密来了。可是我记得你说过，分离之后用处就不大了。那个计划应该是失败了才对啊。毕竟是公开场合，人多耳杂，雍博文没办法说的太详细，只好含糊一下。反正濮阳海也能听得懂。哎呀，理论上这样讲是没错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计划是失败了。可是时轮转结是秘传一脉，比我们这些明传系的知道的事情要多，手段也多。我也说不准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办法，把神魂分离之后的胎体派上用场。时轮转结本来就与你们多有冲突，要是得到了玛丽卡的消息，或许随时都有可能会采取行动。 你们两个人可千万要小心，多加防备，总归是错不了的。我这边已经订了机票，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过去。这段时间就给你们两个当贴身保镖了。虽然没有明确示明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但是濮阳海的举动已经足够明显。 如果不是认为玛丽卡十之八九会去找十轮转劫，而十轮转劫十之八九会采取行动，他就不会这么急急忙忙地赶回的赶过来了。在中密一脉的法术防范上，没有人比他再有发言权了。<laughs> 挂了电话，雍博文不动声色的找来了潘汉义，让他安排加紧防范，尤其是艾丽云，特别要重点加强。 潘汉义有些奇怪，但是看雍博文吩咐的时候神情凝重，便没有细问，只应了一声，便下去安排了。一种联盟的空袭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方才结束。舞厅重新的灯火通明，不过经这么一打扰，众人跳舞的兴致大减，最终草草结束了。雍博文一众代表团成员。 各回下榻处休息。回到房间之后，艾丽云这才问：“为什么突然加强保卫力量？”雍博文也不瞒他，将刚刚与濮阳海通电话的内容一五一十的复述了一遍。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七十九章，艾丽云听完之后沉默了片刻。原以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想不到还是阴魂不散的纠缠着。难道我们这一辈子都摆脱不了青龙金泰的阴影 雍博文将艾丽云搂在怀里，轻声地说：“放心，我会有事情的。我们两个大活人，难道还斗不过一个一千多年前的死鬼留下来的计划吗？时轮转劫不来也就罢了，要是来了，就趁机直捣他们的老巢，一了百了解决他们。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了。既然时轮转劫的问题迟早要解决，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 早早打完了，把他们彻底清理掉，一次性解决问题，以后也就没有麻烦了。濮阳海是第二天晚上赶到的，见到雍博文和艾丽云之后，二话不说，先施了道法，确认两个人身上没有被留下中密的监视类的法术，这才稍松了口气。看到濮阳海的紧张，雍博文很怀疑他还有什么事情在隐瞒。 但是，一追问，就被他打着哈哈闪过去了，半点有用的也不透露，很是让雍大天师啊恨得牙根直痒痒。濮阳海就此留了下来，给二人充当保镖。他带来了两个弟子过来，一男一女，女的给艾丽云当贴身保镖，是个叫梁月的年轻姑娘，肤色有点黑，一双眼睛大大的。 一笑起来还有两个小酒窝，很讨人喜的样子。男弟子是配给雍博文的，名唤李勤富，啊，名字挺土的。人长得更土，五大三粗，浓眉大眼，哪怕是穿了一身西服，那看起来也像是从工地上干力气活的。话也少，一整天的也不见个吱个声，就跟那个像柱子似的。 往这个雍博文身后一站，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原先雍博文身后整天跟这个潘汉义，哎，这可倒好，现在又多了一个。偏偏这两个人卖相都不佳，实在是有些丢脸。雍博文试探着跟李清富聊了几句，想从他这里套出点有用的东西，比如濮阳海可能瞒着的事情。但是这个李清富就是个嘴紧的、啊。 问来问去就一句话，俺师傅说了，俺们这一辈子这些弟子后半辈子能不能吃香喝辣的啥都不愁，都落在您身上了。让俺把您这个会下金蛋的大母鸡给看好喽。真出什么事情了，哪怕自己不要命了，也不能让您出了事儿。师傅的话俺一定要听，别的啥都不知道。啊啊、不过濮阳海的严阵以待，并没有派上用场。 始终也没有见过时轮转结的人出现，只是濮阳海的神情却不见得轻松。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眉头也是越来越紧，显然是在担心着什么。暂时将这件事情放到一边，雍博文继续进行他的东欧之旅。在双方进行紧张谈判协商的时候，作为场面人物的雍博文自然是不需要做到小会议室里参加具体的谈判的。 他只要根据每天汇报掌握进度就可以了。雍博文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视察访问，在东欧法师协会主要高层的陪同之下，先后走访参观了东欧最大的术法武器制造工厂，视察了几条对异种联盟作战的主要战线，会见东欧各国术法组织的头面人物。 甚至还忙里偷闲的私下去游览了闻名于世或者臭名昭著的东欧地下术法物品黑市。十三日之后，双方就中国术法界支援东欧法师同仁租借办法具体实施达成了一个一揽子的协议。次日，在布加勒斯特的东欧法师协会总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协议签署仪式。 雍博文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与东欧法师协会现任会长共同在文件上签字，并且交换文本。同日，为了表明对这个一揽子协议的实行力度，根据租借办法供应东欧法师协会的第一批术法武器，在春城装机飞往布加勒斯特。同样是在这一天，雍博文接到了来自乌利亚纳方面提供的一份。 至关重要的情报。俄罗斯内战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乌利亚娜依靠雍博文提供的雇佣作战傀儡，虽然在战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可是压力依旧巨大。但是雍博文交代的事情，他却没敢耽误。俄罗斯秘密支援了一种联盟这么多年，内部关于一种联盟的情报也是多如牛毛，乌利亚那一方。 派人整理情报，将有用的信息源源不绝地送给雍博文。另一方面，加紧对那些抓捕来的原属于马卡里奇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进行审讯，以掏出更多关于异种联盟的信息。而这一次，乌利亚娜送来的正是关于异种联盟老巢具体位置所在的情报。 东欧法师协会与异种联盟作战多年，虽然也能大致的知道异种联盟老巢的大概的位置，但是却无法精确定位。不得不说，一种联盟在这方面的隐秘工作做的是极为出色，但是他们却不可能对俄罗斯方面也保持这种高度的隐秘，至少负责接触的俄罗斯人员肯定是要到访异种联盟总部的。 而这样的人员被乌利亚娜捉到了四人，分别审讯之后，将所得的口供进行对照分析，轻而易举地便得到了具体位置。雍博文大为欢喜，当即联系了海默布鲁克斯，要求其提供可以信任的向导，配合即将展开的斩首行动。面对雍博文拿出的异种联盟老巢具体坐标， 海默布鲁克斯要求知道雍博文的具体计划，对此雍博文很是豪爽，没什么计划，找到他们围上去，把他们轰杀成渣。海默布鲁克斯差点被这个计划激动到泪流满面，很想质问雍博文：对异种联盟的情况，你到底了解多少啊？据他们掌握的情况。 异种联盟的老巢附近地区，至少聚集着超过十万有组织的各类妖魔军队，对老巢形成战略的拱卫式的态势。一旦老巢受到攻击，只要能坚持超过半个小时，就会有至少三万以上的妖魔军队赶到。空投作战能派出多少队伍？充其量也就打个特种战。 海默布鲁克斯原以为雍博文所谓的斩首的战术啊，是通过特种突袭击杀异种联盟的一部分高层，达到震慑效用，也让他能够对国内各方先有一个交代。哪曾想啊，咱们的雍大天师，哎呦，野心勃勃的想要一次性的把异种联盟整个老巢连根铲除，这连蛇吞象都不算不上啊啊！ 妥妥的一个蛇吞精啊！海默布鲁克斯很耐心的为雍博文解释了该地区的复杂情况，希望雍博文能够明白搞这种作战是多么的不现实。但是雍博文却是大喜，表示：“啊，这样更好啊！那可以将驰援的妖魔军队分别消灭，为东欧法师协会即将到来的这扫平东欧异种多省些力气啊！” 海默布鲁克斯绝不认为雍博文会是个白痴。一个白痴不可能在余承市死后横扫一切反对者，坐到这个位置上。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雍博文对自己空投过去的力量有着绝对的信心。每一个能称之为大天师的法师，都有两手极强的大杀气势的法术。只不过，这种法术多半不是以个人能力所能达成的，最多也就是。 这位法师最先提出相关想法，或者引领了此项法术的研发，这也是每一个大天师所代表势力能够在弱肉强食的术法世界争得一席发言权的主要原因之一。雍博文所代表的集团已经表现出了足够强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但是在武力方面表现的还不是那么清楚。 海默布鲁克斯认为，雍伯文是打算借机展现出自己足够强劲的法术，以震慑一切意图在武力方面对其和其所代表集团采取不轨行动的势力，逼迫对方回到桌面的游戏上来，不敢轻易翻桌。这就跟在核武器的威慑下，各方大国再想怎么翻脸也投鼠忌器，最终只能回到谈判桌上来。只要没有一方发疯。 或者是是在武器技术上实现飞跃性的发展，就只能这么僵持下去。雍博文原本是想自己亲自执行这个计划的，大约就是自己悄悄地潜入到异种联盟的老巢所在地区，然后释放电脑存储的大量的作战傀儡部队，对异种联盟老巢进行致命一击。还可以根据附近的妖魔军队的反应，适当的设伏。 来一两场的围点打援的歼灭战什么的？哎呀，只是理想很美好啊，现实很骨感。雍博文的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立刻遭到了上至艾丽云，下到全体知道此事的公司高层的一致的反对。开玩笑啊，雍大老板现在一身所系数千上万人的饭碗。 偌大个武装殖民集团的未来，还敢搞亲自上阵玩无双突袭？你脑子让驴踢了吧！<laughs> 啊，这、这，这是艾丽云私下里对雍博文毫不留情的批评啊。就算是百年大战的时候，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也没见哪家门派掌门亲自上阵砍人的呀。做到了这个位置，主要职责只能是运筹帷幄，上阵开片这种。 力气活真要轮到他亲自动手的话，那公司肯定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了。你大老板二话不说，直接亲自上阵，置公司数千法师员工、百万作战傀儡和地狱仆从军队于何地啊？你当玩三国呢？啊，两方开战，主将先拼，拼完之后谁输了带人逃跑，幸亏呀、啊。 幸亏雍大天师还是比较识趣的，只把这个想法跟身边亲近人提了一提，就这还被拍的满头是包呢。这要换了别人外人，大约会觉得神经病吧你？好吧，亲自上阵这个想法被毫不留情地掐死于萌芽状态之后了。雍博文只能与老婆和一众属下商讨出一个作战计划方案，最终决定。 由地狱火公司派出一支拥有一定作战经验的法师组成斩首行动小队，实施此次行动。共计派出十四名拥有一定实力、忠诚、最无可置疑的法师，分别执行作战计划的一个部分，包括突袭一种联盟老巢，专责击杀主要高层，伏击回援的妖魔军队等等，各有分工。 而李瑞流，因为在整个集团中属于作战经验最为丰富的法师了，忠诚性也毋庸置疑，而被临时自妖界抽调回来带队执行此次任务。至于雍博文，只能通过空中的监控傀儡拍摄传回来的画面进行远距离实时观看。哎，雍博文慎重考虑过后，邀请了海默布鲁克斯。 参加了这个小范围的计时作战影像观看会议。对于能够得到这个邀请，海默布鲁克斯自然是极为高兴的。一方面可以由此探知雍博文的实际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拉近与雍博文的关系。在关键时刻，若是能帮忙建言，对加深双方的友好度的作用自然是不用说了。此次行动，雍博文只要海默布鲁克斯。 出可靠的向导，其他的从人手啊到武器呀、啊、一概自备，这让海默布鲁克斯很难清楚地知道拥博文的实际计划，甚至连拥博文准备怎么做，将动员多大的力量都是一概不知。不过在海默布鲁克斯看来，这么大的动作，这么坚定的决心，怎么也得准备个动员几个月才算上是慎重吧。换到东欧法师协会这边。 就算是准备半年，同这个计划的目标比起来，也完全不算长。海默布鲁克斯都已经做好配合准备了，比如在东欧这边提供一个类似的地区进行模拟军事训练之类的。尽管在雍博文方面的一再催促下，海默布鲁克斯提前准备好了向导，却并不认为他们会很快派上用场。结果。 仅仅一个星期之后，雍博文便通知他，让向导做好准备，待行动人员抵达即可出发。连准备性的训练都没有，就这么直接出手，也未免太儿戏一些了吧？海默布鲁克斯对雍博文的做法很有些腹诽，但还是依靠他的要求，命令向导做好准备。就在雍博文发出通知的第二天。 行动人员抵达布加勒斯特，一行十四个人背着简单的背包，抱着平板电脑，戴着太阳帽，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作战部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型的旅行团，而不是来参加一场即将决定东欧命运的斩首作战。一开始，海默布鲁克斯以为这是先遣人员哦，就是先来。 兜个底儿是吧？侦查一下可以理解。便向雍博文这边问：后期还会来多少人呢？啊，我这边好安排营地啊，准备后勤什么的。啊，这就是参与行动的全部人员了。用十几个人去突袭异种联盟的戒备森严、作战力量难以测夺的外围重兵把守的老巢。 听到这个回复之后，海默布鲁克斯大降魔师整个人都斯巴达了。是他疯了，还是雍博文疯了？这帮子东方法师以为这是什么呀？啊，玩过家家呀？这也太疯狂不可理喻了吧！在那一刻，海默布鲁克斯对于选择与雍博文合作感到了深深的后悔。我我之前还给他找补呢，这家伙怎么上位的呀？ 形势也太尼玛不靠谱了吧！这也，海默布布鲁克斯以一个尽职的盟友身份，做了最后的努力，希望可以挽回这场疯狂的行动。很郑重的亲自面见雍博文，痛陈厉害，尤其是重点讲述了异种联盟老巢一带的严峻的形势。那可是派出东欧法师协会所有主战的部队都难以以短时间内突入进去的地区，就这十几个人过去、啊。 大概就跟这个这石头扔进大海里效果差不多啊！你看见没？你溅起的浪花都不带有人看到的。这十几个法师一看就是雍博文麾下的精锐啊，难道就这么白白去送死啊？这未免太不值得了。他们是做错什么了吗？雍博文对海默布鲁克斯的提醒表示了感谢，然后通知他准备好空降的飞机。 明天，行动人员将和向导一起出发，直插异种联盟心脏，实施他的斩首作战意图。感情雍大天师压根就没把海默布鲁克斯的话当回事该干嘛还干嘛，一点都不耽误。当然了，海默布鲁克斯是不知道，咱们知道，雍博文敢于如此行事，自然是有他的底细的。 不提这十几个人随身带着的作战傀儡和地狱魔王部队高达二十余万，军火难以计数，足以扫平任何一个地区。单说事前准备，就远比海默布鲁克斯想象的要充分的多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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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在拿到这份重要情报的同时，还有乌利亚娜提供的该地区的详细的影像资料。 而同时，公司方面也尽最大的力量搜集该地区的各种相关数据。魏荣带领公关小组在最短时间内利用这些数据，在电脑里建了一个模拟环境游戏，与真实环境相比，复原度高达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基本的地貌、气候、环境均实现了完全的克制。李瑞流带领作战小组。 便在这个电脑模拟环境中进行了艰苦的模拟作战训练。通过电脑时间调节，虽然现实时间仅有几天，但是他们训练的时间却长达一年之久。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 第六百八十章，李瑞流一行人出发之后，另一队来自中国的法师才抵达布加勒斯特。这一队足有百余人，是后方的支援组，主要是整合各方面信息情报，连通天上的卫星、空中飞行傀儡、地面侦察傀儡传回来的多方面的消息，给予前方行动组以实时的信息支援。 后方支援组就在雍博文下榻的酒店地下安全室摆开阵势，建立指挥中心。随即而来的上百台电脑一水儿的摆开，前方挂起一个投影屏幕，各方信息连通调节测试，足足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全部完成。而此时，李瑞留步已经深入异种联盟占领的地区，并且成功完成了空投。 距离异种联盟老巢直线距离不超过一千米。进入该地区之后，东欧法师协会的向导暂时被集中控制起。来，李瑞流等人不急于行动，而是先释放大量的侦察傀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数以万计。 一种联盟老巢所在地区虽然戒备森严，但对于这种大手笔的撒豆子一般的释放侦察傀儡，还真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知道，这种侦察傀儡都是以鬼魂炼制成驱动核心的，价格昂贵，难以大批量的生产。东欧法师协会呢，也曾购买过侦察傀儡，但是充其量也就是在需要的时候释放个把个，用于暂时侦查。 虽然一部分侦察傀儡被异种联盟警戒妖魔发现并摧毁，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异种联盟方面的高度重视，而绝大多数侦察傀儡都完美的实现了任务，在最短时间内绘制出了该地区的电子地图，使李瑞流部能够全盘掌握地图覆盖范围的一切变化，同时。 绘制完成的实时电子地图信息也在第一时间传回到了后方指挥中心，确保前后两方信息一致。这项工作耗时了三天，完成立体电子动态侦察网的构建之后，李坠留步方才动用东欧法师协会向导，以两人及一名向导为一组，按计划分头行动。两天之后。 各组均准时抵达预定的位置，战斗正式准备打响。接到前方传回的消息之后，雍博文携艾丽云、于纯兵等随行的集团首脑，又邀请了海默布鲁克斯为首的一众东欧法师协会核心高层，莅临战时指挥中心，现场观看行动计时视频。行动视频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 是以行动组自带的拍摄设备所拍的第一视角为行动画面，一部分是以地面侦察傀儡拍摄的旁观视角画面，第三部分则是空中侦察傀儡和卫星传回来的总体画面。这种即实时作战、远距离现场观看的方式，让海默布鲁克斯等东欧法师协会高层叹为观止。 原本对雍博文降到水平线以下的信心，不由得稍稍的恢复了一些。预计行动时间，已经事先秘密完成了作战傀儡和地狱魔王释放的前线行动组，开始展开对异种联盟老巢的攻击。此项攻击由两个小组负责，共动用了各类作战傀儡三万，地狱魔王部队一万。 攻击一开始便以远程重型火力进行覆盖性的打击。一种联盟老巢住于深山密林之中，原本只是个小村落啊，但是经过了多年的经营建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聚集妖魔域五万的小型城镇，戒备森严，防御严密。突袭部队一大规模出现，就在最短时间内被一种联盟老巢方面发现了。 一种联盟老巢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动员驻守妖军赴外突袭，一方面紧急联络附近的各方妖军赶回支援。这反应可不可谓不快呀、啊，不可谓不果断呢、啊。但是终究是慢了一拍，就如同海默布鲁克斯一般，一种联盟方面也陷入了一个误区，认为这支绕过前线直接突袭老巢的部队，应该只是一个轻装的小股部队。 数量有限，无法装备重型武器，不然的话，怎么可能绕过前线到潜入大后方呢？你真当前线部队是傻子吗？是瞎子吗？俄罗斯内乱，马卡里奇死亡，乌利亚纳投向雍博文，这一连串的事变已经让异种联盟方面有了戒备了，认为老巢具体位置的泄露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迁移。 建议已经提上日程，但是这么多妖魔，这么多设备，又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想迁移不是说动就能动的。在迁移之前，只能提高防备，同时加大驻守防卫妖军的力量，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突袭行动。虽然这次突袭到来的之突然、迅速，远超过预计，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啊，一种联盟方面还是非常镇定的啊。 按照预案执行，派妖军主动出击，准备将这支小股突袭部队消灭在丛林当中。直到猛烈的炮火从天而降，刚刚开拔至城营边缘的妖军在第一时间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附加着强力攻击破坏性法术的炮弹，如同暴雨一般落下来。 不断向着老巢内部延伸，炮火覆盖之外，地薄三尺，草石尽成齑粉，无一物完整健全。大量的妖魔连敌人的面都没朝上，就直接被撕扯的粉碎了。无论从哪个角度传回来的画面，所能看到的也仅仅是硝烟弥漫，烈焰冲天，一片混沌。 如此猛烈的、不计成本的攻击，让海默布鲁克斯这一票自诩见识过大场面的东欧法师协会高层目瞪口呆对拥博文集团的财大气粗感叹的同时，又不由得疑惑：这雍博文明明只派了十几个人过去，这么大规模的作战部队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海默布鲁克斯第一时间联系了协会大规模的法力波动监控中心。 被告知这段时间内没有任何大型传送法术所产生的波动，不由得更是惊疑不定啊！显然，如果不是雍博文掌握了一种可以随身携带大量作战部队的秘法的话，那就是他掌握了一种极为隐秘的传送法术，可以在不引起各方警觉和大规模法力波动的前提下，大量的传送部队。相对于前者。 海默布鲁克斯更倾向于雍伯文掌握的更可能是隐秘的传送法术，那种随身携带的大量作战部队的秘法实在是太不可能了。涉及到法术，也不可逾越的空间分割使用规则，是当前主流术法界公认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海默布鲁克斯却是不知道了、啊。严格来说，他所猜测的这两个办法。 雍博文都已经熟练掌握，而且也不止一次应用在实战当中了。只不过这是第一次正式展露罢了。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方法，眼前这一场景都意味着雍博文如果想的话，随时可以在任何敌人的核心发动大规模碾压性的袭击，以中央开花之势消灭敌人的核心所处。这绝对是一种。 可以与各国所掌握的大规模杀伤性法术相媲美的法术了、啊，霸权的新一级就此已经奠定了最基本的基础。这场覆盖性的炮火打击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期间亦有妖魔军队冒死的冲出来，希望可以冲击突袭方阵地，清除对方的远程火力，但是顶着犀利的炮火疯狂冲出来的妖魔军队。 在距离老巢不过五百米的距离，又遭到了伏击。突袭组早就在各方向上布置了伏击部队，用以阻拦异种联盟突围和攻击的可能。密集的机枪火力构成的交叉的火力打击网之下，反击的妖魔军队死伤惨重。能够被抽出来，选为护卫老巢。 驻扎在妖军的作战意志和战斗实力绝对是值得信赖的，但也正是坚强的作战意志，让更加惨重的代价。妖魔军队面对着如同密集的，是连蚊子都飞不过去的火力交叉网，发动一波又一波英勇无畏的决死的冲锋，哪怕前面一波攻击部队就在眼前全部覆灭，也没有任何犹豫和退缩，直至。 最终全军覆灭。距离老巢最近的两支妖魔军队，在接到消息之后，兼程赶来驰援。尽管他们已经记起了妖物进行遮掩，但是所有的行动依旧落在了空中的飞行傀儡监控摄像头之内。拍下来的画面第一时间传输回到了后方指挥中心，信息处理组快速的。 清除妖物，并且根据妖物范围和事前准备的收集的该部的妖军的基本资料，给出妖军的大致数量和战斗力情况。预先布置下拦截该方向妖军的作战小组，根据后方指挥中心给出的数据情报，拟定伏击计划，确定伏击地点。待妖军进入伏击圈之后，一举发动突袭，轻而易举。 爆了！火力覆盖打击，终于还是结束了。曾经繁华喧嚣的一种联盟老巢，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不知道多少重伤垂死的妖魔，就在这瓦砾之间呻吟挣扎着。但是，没有谁会天真的认为。 仅靠着一次覆盖性的打击就能伤到异种联盟在此地的高层的核心，如果连这种规模的攻击都承受不下来的话，那异种联盟早就该死光光了，哪还有可能坚持个作战数十年呢？近距离清场的作战傀儡部队登场了，当先一排数百台高大的机器傀儡排成整齐的一列，背着三昧真火发生装置。 喷吐着如墙一般的烈焰，缓步的向前推进。真正的烈焰洗地。烈焰洗地之后是两排装备了近战刀具的机器傀儡，他们将负责斩杀那些企图袭击火焰喷射傀儡的妖魔，并且对那些没死透的妖魔进行补刀。而近战作战傀儡之后，则是持着重型机枪的机器傀儡。 再之后，则是坦克状的傀儡；再之后，则是背着深度探测仪器的机器傀儡。一排排，一波波，如墙而进，似浪前拍，所过之处，焦土入地十余米，真正的寸草不留。 整齐的队列一直推进到了异种联盟老巢小镇深处，才遇到了有力的抵抗。一大波妖魔挺过了三昧真火洗地之后，自瓦砾的下方跳了出来，直接冲入了作战傀儡队伍当中。这些个妖魔都是块头巨大呀，比起作战傀儡来也是不遑多让，而且作战经验丰富了得。仅仅几个照面，就给作战傀儡部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个时候，就听海默布鲁克斯感叹了：“啊，这应该是一种联盟高层的敬卫部队，都是纯血的妖魔，生性狡诈、凶残、嗜血、暴虐，是这数十年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只有在战斗力和忠诚度上绝对可靠，才可能被选上加入这个敬卫部队。既然与敬卫部队发生冲突交战，那就说明以一种联盟的高层。” 也就不远了。作战傀儡部队溃败的极快，在伤亡过半的情况，残存的作战傀儡开始四散奔逃。这是战斗初始就可以预料到的结果。以恶鬼为核心驱动的作战傀儡，仗着武器优势，在远距离作战上或许能与这些强力的妖魔一战，可是，一旦贴身肉搏的话，行动。 不灵活、抗冲击能力弱的缺点便显露出来，多数都不是这些老牌妖魔的一面之敌。一种联盟禁卫部队在击溃了作战傀儡部队之后，立刻分成数股向外突围。因为过于混乱，一时间也无法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当中是否有一种联盟的高层。李瑞流果断命令待命的空中飞行傀儡出击。 对突围的一种联盟禁卫部队实施空中绞杀打击，同时按预定计划连番的设伏。可怜这些英勇善战的禁卫妖魔部队啊，在空中、地面的立体交叉式的打击之下，连续冲破了六道封锁线之后，尽数伤亡殆尽。 外围前来救援的妖军源源不绝地向着老巢方向开进着，接二连三落入了伏击，全军覆灭。而至此时，尚有地狱魔王部队没有动用，尚有两个预备小组没有投入。如此战斗成果，令东欧法师协会前来观察的高层们叹为观止，看的是惊心动魄呀。 在感叹异种联盟的不堪一击，感叹雍博文下属作战力量强大的同时，也都在暗暗估算，如果自己的队伍遇到了这种打击，能不能挺得住啊？但是所有人最后都得出了一个让他们沮丧不已的结论，那就是，他们引以为豪的、自认为全世界实战经验最丰富的作战法师部队，在面对雍博文所部的攻击。 之所连几分钟都坚持不到下来，就会全面溃败。不管怎么样，战斗持续到这个地步，已经对异种联盟的有生战斗力量造成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伤害了。尤其是在失去俄罗斯的支持，无法得到有效的兵员补充的情况下，这种失血性的伤害更是难以恢复。有了这些作战成果，即使最终没能发现一种联盟的高层，也算是辉煌的胜利了。 而且是东欧战事数十年来未有的大捷之战。越来越多的作战傀儡开入了异种联盟老巢，所有的小镇进行清洗。密密麻麻的整个小镇的废墟之上，全都是作战傀儡，以至于站都快站不下、啊、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异种联盟老巢覆灭了。突然。 一道闪电仅仅一击就把附近数个作战傀儡当场击倒。紧接着，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一道又一道的密集的闪电出现了。没有云雨狂风，就那么直接从空中跳出来，狠狠劈在了小镇废墟的作战傀儡身上。最后整个小镇都变成了闪电的世界。 巨大的电流肆意的横穿，狠狠打击着每一个想要逃跑的作战傀儡。尽管机甲表面纹有防打击的法术，但是这种法术毕竟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面对针对性的攻击，更是半点抵抗力都欠奉。这一道道的闪电都会加了大量的妖魔侵蚀力量，作用到作战傀儡的身上，直接腐蚀透机甲表面，进入内部。 将强大的伤害效果应用在了傀儡内部的恶鬼核心上。随着闪电纵横，一队队的妖魔自瓦砾下方冲出来，疯狂的向外突围。监视傀儡忠实地将这些妖魔的模样摄录下来，传回后方指挥中心。那个拿着铁锤的是凯隆兹，死之恶魔；那个七头蛇是赫瑞苏格；那个绿色的女魔怪。 是贝拉斯，那个独眼的恶灵；是图尔托，海默布鲁克斯指着屏幕念着那些千奇百怪妖魔的名字。这都是异种联盟的高层核心、高级将领，可以说是整个异种联盟千百种妖魔能够团结到一起的关键因素。每一个被指出来的妖魔都是欧陆各国著名的妖魔，代表着一个方面妖魔的利益。 所以，他们需要在老巢为本方势力争取足够的权益，保证在异种联盟中的地位与权势。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八十一章。 除了这些恶魔，更多的则是无头骑士。他们都是穿着肮脏的板甲，骑着只剩下骷髅的战马，一手提着战舰，一手携着带有头盔的脑袋，聚成一团，呼啸纵横，将那些受到闪电击伤的作战傀儡成片成片的击倒，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 只有这些无头骑士看着模样都差不多，也不知道一种联盟主席奥肯希尔尼古拉斯在不在其中。各种各样的妖术魔法在闪电间隙中亮起，毫不留情的痛击着已经没有反击能力的作战傀儡。东欧法师协会众人都是紧张的，神一眨不眨的注视着监控画面。 如果能够把这批妖魔全都消灭，不、哦，哪怕只消灭一半，也足以对异种联盟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伤害。可是，如果让他们突围出去，这次突袭行动也就等于是失败了。突袭异种联盟老巢的真正目的，就是消灭这些高层核心，而不是摧毁那么个小小的镇子。可是，从目前来看，作战傀儡已经完全没有反击之力了。 蓦的一支形象可怖、夹杂着狂烈阴风的队伍冲入了小镇，与异种联盟的妖魔拼杀厮杀起来。这支突然冲入的部队，正是李瑞流一直留在手头做预备队的地狱魔王部队的一支。眼见前方情势不妙，被李瑞流派出来参与作战。这地狱魔王。 也是妖魔的一种，而且属于地狱土生的强力妖魔类型。虽然绝大多数都是计划催生产品，但是悍勇和魔法却丝毫不逊于一种联盟这些自诩为血统纯正的妖魔。就算实力稍逊的，但庞大的数量也足以弥补这个差距了。地狱魔王部队从各个方面杀入小镇，对这些冲出来的妖魔形成合围之势，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那些异种联盟的高层，或被当场击杀，或被被擒活捉，无一幸免。战斗渐渐接近尾声，就在指挥中心现场观看的众人都稍松了口气的时候，突然，其中一个监控画面跳了跳，快速移动到监控屏幕的中央位置。 在这个突然跳出来的画面上，一支由无头骑士和各类妖魔组成的小队伍正悄然地从地下钻出来，急匆匆向着远方逃窜。而他们逃出来的地方，就已经是李瑞流突袭小队的合围阵线的后方了。哎、那奥肯希尔尼古拉斯，海默布鲁克斯突然激动起来，指着逃窜队伍中的一个无头骑士大叫。 他的盔甲前胸处画了一只黑色的乌鸦，快快捉住他，绝不能让他逃了。奥肯希尔尼古拉斯的逃脱计划不可谓不周密，先后抛出两波妖魔来吸引突袭者的注意力，甚至连那些高层都被他毫无客气的当做弃子给丢了出去，就是为了要以此来吸引突袭者的全部注意力。 而他们则利用早就准备好的逃生地道，直接逃出了突袭者布置的包围圈。计划执行的非常完美，若是一般的敌人，或许就被他们成功了。但是，奥肯希尔·尼古拉斯却不知道，他所面对的空袭者是用现代化技术配合法术武装到牙齿的中国法师。 而不是以往熟悉的东欧法师李瑞流，战前不惜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布设的大批监控傀儡起到了重要作用，成功捕获了奥肯希尔、尼古拉斯一行妖魔的行踪。而后方指挥中心支援小队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李瑞流也在同时看到了，而且海默布鲁克斯的呼喊声也在下一刻传到他的耳中。 奥肯希尔·尼古拉斯，一种联盟主席，一种联盟的创建者，糜烂整个东欧的罪魁祸首，带领一种联盟奋战数十年的绝对领袖，这样一个大 boss 般的存在，现在却连个露脸的机会都没有，就仓皇而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道理不止人懂，妖魔也懂。 尤其是老谋深算的奥肯希尔·尼古拉斯更懂，面对来袭强者，他不是选择死战，而是在第一时间选择了逃跑。只要能够活着离开，就可以指挥更多的妖军卷土重来。只要还有对东欧那个天堂通道感兴趣的势力存在，只要还有希望搅浑水的势力存在，异种联盟就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 不过这支队伍并没有能逃多远，就陷入重围当中了。李瑞流一直留着一组突袭人员没有动手，目的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而这个时候后手终于派上用场了，密密麻麻的机器傀儡自丛林中闪现，空中飞舞着载着攻击武器的飞行傀儡，稍后一些还有大量的地狱魔王，包围圈是一层层一叠叠，密不透风，严丝合缝。 这支逃亡的小队伍，在沉闷片刻之后，没有发动任何进攻。那只胸前绘有黑乌鸦图案的无头骑士缓缓地策马上前，以沙哑沉闷的声音说道：“我是奥肯希尔·尼古拉斯，一种联盟主席。我要求给予我应有的俘虏待遇。”带领着伏击部队的作战法师谨慎着，没有上前。 只是在作战傀儡和地狱魔王的重重保护下，向着奥肯希尔·尼古拉斯点头致意，大声说：“尼古拉斯主席，你好！我仅代表法师协会紫挥会员雍博文大法师向你致意。”哦，原来是来自中国的雍博文法师的队伍，希望我可以有机会见到他。 奥肯希尔·尼古拉斯没有再做出任何抵抗，在被俘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沉默，并且要求一度将反抗的手下不得轻举妄动。后方指挥中心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欢呼，最为激动的莫过于以海默·布鲁克斯为首的一众东欧法师了。哎呀，万万想不到啊！ 奥肯希尔·尼古拉斯居然就这么被轻而易举的被生擒活捉了！这个如阴魂不散的噩梦般缠绕着整个东欧的大妖魔，居然就在雍伯文的一举突袭当中被俘获了。对于东欧法师而言，这简直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海默布鲁克斯激动的合不拢嘴了，好半晌才收拾好情绪，郑重的对雍伯文说：“全体东欧法师。” 都将感谢您的大力支援。雍博文清持的点了点头，正要客气两句，就见前排工作人员回首：“雍总，李经理请求与您通话。”雍总，我是李月流，我现在向您汇报。啊，因为作战需要，双方使用的不是手机，而是统一采购自包正国公司的星点通讯仪，这也是目前东欧法师协会所使用的官方通讯器材。 李瑞流的声音显得有些喜气洋洋，啊，这很好理解。这么一个冒险的突袭计划，能够获得如此完美的成功，任谁都不可能不激动。我部已经顺利完成突袭计划，生擒一种联盟主席无头骑士奥肯希尔尼古拉斯，击毙自副主席及联盟议长以下一种联盟高层七十三名，俘获一百二十七名，击溃增援老巢的妖魔军队六支。 虽然已经通过视频了解了前线战况，但是雍博文还是很耐心地听完了李瑞流的简要汇报，这才向李瑞流表示祝贺。李瑞流汇报完了，感谢了雍博文的祝贺，方才谈及他要求与雍博文直接通话的最终目的。计划执行比预计顺利，大量作战部队和弹药尚有大量存余，我请求不按原计划收拢兵力，直接离开，而是自此。 挥师南下，进攻前进，攻克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来可以有力的支援东欧法师同人的作战，二来可以借此锻炼部队。一种联盟的作战方式和妖魔构成与妖界各国的构成有极大的相似。在此锻炼部队，在接下来的妖界拓展作战中，可以使部队更快、更好的适应妖界环境以及与妖魔作战的习惯。李瑞流不是单纯的小兵头。 只需要考虑带领傀儡和魔王部队作战，就算圆满完成任务。他还是雇佣兵公司的副总经理，目前妖界开拓计划的实际负责人。他需要考虑的方面更多。当接到抽调他参与对异种联盟作战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李瑞流就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按照正常情况，以公司如今的情况和他现在的地位。 像这种冒险突袭、进入一线作战的工作，并不需要抽调他这个重要方面负责人来亲自带队。而现在不仅是抽调了他，据说还是雍博文亲自点将，这就不由李瑞流不多想一想。他认为雍博文既然亲自抽调自己，那一方面是显示出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大概也有借机练兵的想法。 据情报显示，目前异种联盟相当数量的部队，实际上是由俄罗斯方面通过与妖界交易，将妖国作战时捕获的俘虏收购来的，送往东欧进行之后才组建的。要不然，人人都说异种联盟的壮大与俄罗斯法师协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点。没有俄罗斯法师协会源源不绝的书写，异种联盟的数量和繁衍上。 都不占优势，也不可能进行如此高强度的作战下坚持这么多年了。既然异种联盟的大部分部队是由妖界的战斧构成的，那么其作战方式和习惯性使用的法术都必然与妖界相类似。通过与异种联盟的作战，可以有效的锻炼部队，针对可能在妖界作战中面对的妖术魔法，开发针对性的作战法术和武器。 极大减少妖界拓展因可能的作战失利而导致的时间延误，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东欧作战与本土利益无关，无论胜负都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整体根基，既锻炼了部队队伍，又大大减轻了因可能的作战失败而带来的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哦，是三得。 如果作战成功，还能完成雍博文最初的计划目的，消灭异种联盟。因此，李瑞流从一开始就抱着大打特打，要打一场轰轰烈烈的高强度战斗，以此来锻炼队伍的目的。但是，对异种联盟老巢的突袭属于秘密的作战计划，要的就是打异种联盟一个措手不及。 大部分被击败的一种联盟部队，甚至连特有的妖术都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被埋伏的作战傀儡以远程的高强度火力消灭出精光了。这场作战对于公司的作战傀儡和地狱魔王部队是个全新的作战，对于异种联盟的妖军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有心算无计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完全是正常情况。但是。 战斗烈度由此大大的降低了。李瑞流认为这样根本没有达到锻炼队伍的目的，反而容易使参战部队产生骄傲自大的情绪。因此，在仔细思考并与队伍其他的几个法师通气之后，提出了南向攻打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作战计划。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是异种联盟所盘踞的最后一个大型都市，是异种联盟的重要战略支点。一旦失去了维尔纽斯，异种联盟所苦苦支撑的防线将彻底崩溃，从此再无反攻或大规模作战的机会。而东欧法师协会由此算是光复所有被战的大中城市，可以正式宣布东欧战事的初步结束。下一阶段。 转入正常的清剿作战，那就不属于正式战争的范围。攻占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拥有极重要的意义。雍博文原本并没有直接干涉东欧法师协会正面作战的想法，但经李瑞流一提醒，便醒悟过来。此时，一种联盟高层被一扫而空，正处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 若能南北夹击，形成合围，可以极大减轻作战压力。不过，这与突袭斩首是不一样的，还得看东欧法师协会方面是否愿意接受他们对正面作战的干涉，以及同时采取配合的行动。好在海默布鲁克斯这位东欧术法界的太上皇就在身旁，直接协商就可以了。不过，没等雍博文开口，只把视线一转过去。 海毛布鲁克斯立刻表态：“我们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愿意同时展开攻击，集中进攻立陶宛维尔纽斯，争取利用大天师您的斩首作战成果和作战部队的配合，在最短时间内攻克维尔纽斯，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这个能够得到外部力量毫无保留支持的机会，他实在是等得太久了，久到了已经快要绝望的地步了。 在看惯了欧美各方势力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惜采取种种手段拖延战斗，导致无数东欧法师战死沙场，却依旧一副为你们好的丑恶的嘴脸之后，雍博文突然跳出来这般的大包大揽，让海默布鲁克斯幸福的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得到了雍博文的同意之后，李瑞流整合突袭部队，沿公路向南推进。 冰封直指维尔纽斯，而东欧法师协会这边则立刻动员，打破前线的僵持状态，以主动作战法师分三个方向向维尔纽斯攻击前进。一种联盟高层被一窝端，连灵魂核心奥肯希尔尼古拉斯都被生擒活捉，整个作战体系一团混乱，面对突如其来的南北夹击，不能有效的应对。 更有部分以血统为纽带建立的纯血统类的妖魔部队，比如吸血鬼部队，比如树精部队啊等等。眼见着局势不利，都起了挟兵自保的心思。面对东欧法师协会和李瑞留部时，消极避战，以保存势力为主。李瑞留部与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一路军事高歌猛进。 除了少数有一定战斗力的妖魔部队顽抗，造成一定的麻烦之外，其他的时候基本就是追着妖魔军队屁股打。东欧法师协会与异种联盟作战数十年，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占据了整体优势，但是连场战斗都是损失极大的苦战，以巨大的牺牲才换来如今的优势，就是从来没有过这么畅快淋漓的。 追着妖军屁股后边打的经历，一时间是气势高昂啊！一日作战推进达数百里。十余日之后，李瑞留部率先攻至了维尔纽斯市郊。三日之后，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抵达，与李瑞留部胜利会师，对维尔纽斯形成合围之势。近五万来不及撤走的各类的妖魔被困于市内。 就在李瑞流与东欧奋战的时候，中方代表团组成的数个战事观察组，分赴东欧法师协会各支部队观察战斗状况的时候，作为代表团长的雍博文却是携着艾丽云和于春冰，悄然的返回春城，准备依约参加太平道重建宗门的大会。本来这严格来说只能算是雍博文个人的事情。 与艾丽云和于春兵两个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不过，听到雍博文准备去参加宗门大会，艾丽云就一定要跟着一起去的。理由是，这些从来没见过世面的太平道同门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思，她绝不能让雍博文一个人单刀赴会。作为妻子，她必须要和老公共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挑战。其实啊，雍博文怎么也不可能是单刀赴会啊，至少李勤富、嗯。 韩汉义肯定会像尾巴一样紧跟着的，以标准的配备的保镖队伍也一定会跟着的，濮阳海弄不好也会跟着的，屁股后边跟着这么一大串的强力打手，说是单刀赴会，未免也太不切合实际了吧。从另一方面来说，就算不带这些保镖，雍博文去了，也不会只是只身作战呢。 出国之前，与余伯军的交流就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了。数十名太平道的年轻弟子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了公司，都被重点的安排培养。虽然目前还都在考察期，但已经开始融入到这个集体中来了。而这些年轻弟子的几位长辈，也就是雍博文的师叔辈们。 也纷纷的捎话，对雍博文照顾本宗弟子的行为表示了赞赏。私下里的视频见面都已经见过好几次了，这些就算不会铁杆支持雍博文，也肯定会保持中立的。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太平道诸人真就不一定会对雍博文怎么样。到现在为止，都是雍博文和艾丽云以“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态度采取的预防。可是这种事情上，最不可能跟艾丽云讲道理的。 雍博文也绝顶不住他，只好同意了。两个人原本预计是要悄悄回去的，开完这个宗门大会之后啊，再赶回来，大约还能赶得上维尔纽斯战役。可是真要走，也不能谁都不告诉，至少身边的人得告诉，要不然这一觉起来发觉老板失踪了，那还不得弄毛了？弄不好还得陈兵布加勒斯特，向东欧法师协会要人。 于纯兵是必然要告诉的，只是于纯兵一听，便也强烈的要求同行，理由是从来没见识过这种古典主义色彩的宗门大会，要一起去长长见识。雍博文想拒绝，可是艾丽云却一口答应了，表示到时候他们两个就算是观礼的外派嘉宾啊，他代表龙虎山，于纯兵代表茅山派，更显得人多势众，底气足。 于是，以雍博文为首的一行人，包了架飞机，按原本的打算，悄悄地返回了春城。只是他这个悄悄啊，动静未免太大了一些了。春城法师协会方面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冯增祥和顾西江两个为了表忠心，第一时间亲自赶往机场迎接，还拉了欢迎仪式的队伍。 热烈欢迎雍博文东欧之行获得圆满成功，为于城市报却大仇。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付子。父亲第六百八十二章，不仅仅是春城法师协会，东欧法师协会方面。 也是相当多的人都知道雍博文返回春城处理私事的消息了。奥列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得到这个消息不算晚，雍博文还在赶往机场登机的路上时，他就知道了。只是这个消息不是通过正规渠道而来的。作为身份隐秘的流亡者，因为受到海默布鲁克斯的重视，而在布加勒斯特拥有一栋。 独门独院的别墅暂居，这里平时除了奥列格的家人以外，鲜有外人来访，而今天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带来了雍博文回国的消息。奥列格一面回味着这个消息代表的意义，一面皱着眉头，上下打量着面前的不速之客。这是个东欧法师协会的普通法师。 胸前别着绿色的徽章，年纪轻轻，长得没什么特色，但是作为资源的情报工作人才，奥列格在记人方面啊很有一套。他很清楚地记得，眼前这个看起来长得很普通的年轻法师名叫伊里伊维奇，是东欧法师协会一位副主席的秘书，平时深受器重。 奥列格的身份是极度保密的。照道理来说，这位副主席也不应该清楚他的存在。但是伊里维奇进门就叫出了奥列格的名字和来历，显然对奥列格了如指掌，并且在门口就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你真的认为可以依靠海波布鲁克斯实现自己的想法吗？”就靠着这一句，奥列格就让他进了房间了。 以里维起气定神闲的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坦然面对奥列格的打量，唯有右手在不停的轻轻转动着左手中指上戴的一枚戒指。那是一枚做工略显粗糙的青铜戒指，戒指的面上浮雕着一只惟妙惟肖的狗头。你代表谁而来？奥列格沉默良久。 方才问出这句话，目的不重要，手段不重要，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势力。这将决定奥列格选择何种态度来对待他，并且做出何种决定。奥列格显然不会天真的认为伊里维奇是老哥一个就敢上门来，拿着掌握到一些秘密搞要挟。 我是谁，或者说我代表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伊利威奇没有正面回答奥利格的问题。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与决心，不过遗憾的是，你的勇气与决心的目标似乎选错了，所以特意上门来纠正你一下，请恕我提醒 俄罗斯法师协会之所以会陷入内战，马卡里奇会长之所以会离奇暴毙，乌利亚娜之所以能够成功上位，这一切都离不开背后那个人的推动，不是吗？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奥列格脸色阴晴不定。伊里维奇继续说：“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想你也一定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其实你心里对这一切清清楚楚，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或者说那个人所代表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你连尝试着去对付他的勇气都没有。哦，应该说你尝试过去对付他，你想借助海默布鲁克斯的力量，可惜的是。 以勇悍坚韧著称的海默布鲁克斯也要向那个人弯腰屈膝，以此换来那个人对东欧法师协会的不吝援助。那个人叫雍博文，一个走到哪里都会搅动不安风波的野心家。叶利维奇轻轻拍打着座椅的扶手，说出了那个隐藏在奥列格内心深处的。 敌人的名字，你想要什么？奥列格神色不动，唯有眼神微微的缩着，不再直视伊里微奇，而是紧盯着他的双手，最终把目光落在了那颗简单到粗陋的狗头戒指上。作为一名情报专家，奥列格见多识广，初看那个狗头戒指便觉得有些眼熟。 总觉得自己应该是在哪见过这个类似的戒指，并且听说过这个戒指的含义，只是一时间想不起来了。他向来以自己的记忆为傲，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当时他并没有把这个戒指放在心上。合作，一场共赢的合作。伊丽危机摊开双手，想必。 你也不想看到雍博文在东欧春风得意，与海默布鲁克斯合作无间吧？那样的话，你将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对付雍博文。而现在，你的手头掌握着一个可以离间他们关系的机会。我听说布鲁克斯夫人思念幼女成疾，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你是想要威胁我为你们服务吗？想拿我的身份来历威胁我，未免太可笑了。你就是立即把我的身份公之于众，你看布鲁克斯法师敢不敢收留我？俄罗斯方面敢不敢派人追杀我？不不不！伊利威奇竖起右手的食指，轻轻的摇晃。 你弄错了，奥列格法师。我想要的是合作，一场共赢的合作。雍博文也是我的敌人，我希望能够对付他，哪怕仅仅是让他受些挫折，也是我乐于见到的。你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作为回报，我愿意支持你返回俄罗斯，实现你所有的目标。 哪怕是推翻乌利亚纳，登基成为俄罗斯新的地下沙皇，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就不需要你们来帮忙了。只要我提供情报，帮助东欧法师协会顺利歼灭异种联盟，你说的那些布鲁克斯法师都会帮我去做的。你觉得我是相信一位信誉卓著的紫挥大降魔师？ 还是相信你这个来历不明、藏头露尾的家伙？<laughs> 你真的认为海默布鲁克斯会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吗？我看未必。不要忘了，乌利亚纳的背后支持者同样也是雍博文。布鲁克斯顾及到雍博文，也不会全力帮助你。更何况消灭了一种联盟，你对于他也就没有任何用处。 难道你想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政治人的操守上吗？那可太不靠谱了，可不是你的行事风格呀。更重要的是，从目前的战况来看，你对于东欧战事的作用似乎没有什么必要性。不知海默布鲁克斯会不会重新考虑如何处置你的问题？我不知道天狗兄弟。 会什么时候跟雍博文有了仇隙？奥列格终于想起来了，他以前在欧美进行情报收集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年轻法师的手上见过那个狗头戒指。那个年轻法师本身也是法师世家出身，年纪轻轻就坐到了地方协会会,会长的位置，可以说是前途无量。而那个狗头戒指，据他本人讲，是一个暗中盟会会员的身份标志。 这个隐秘的暗中盟会，名字就叫做“天狗兄弟会”，会员均是欧美上流社会的精英年轻人，不仅仅是法师，还包括金融、政治、工业等等各方面的佼佼者，是个类似骷髅会的精英性质盟会。每一个会员都是野心勃勃的年轻精英，他们似乎立志通过这样一个盟会建立一个。 横跨所有行业的巨大权势关系网，彻底改变欧美现在的政治经济格局。不过，在奥列格采集信息的时候，这个天狗兄弟会的成员还多限于凡俗世界的年轻精英，参与其中的法师少之又少，而且多半看来也不是以法师身份进入的，对术法界的影响极小，所以奥列格也就没有进行太多关注。 如今看来，这个天狗兄弟会的势力，难不成已经渗透到术法界内了，而到已经拥有了不少的力量呢、啊？天狗兄弟会，伊丽微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狗头戒指一眼，微微一笑，也不解释什么。你不需要知道这些，这可是个很长的故事了，想讲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你这个诺言就足够了，而且与海默布鲁克斯不同的是，我们肯定会实现自己的承诺。任何能够对雍博文产生不利影响的事情，我们都会乐于去做。就凭你的空口白话，奥列格冷笑不止，但内心深处就不像表面这样的平静冷酷了。 自打雍博文以骑兵天降的方式一举端了异种联盟老巢之后，海默布鲁克斯对奥列格的态度明显冷淡下来。对于海默布鲁克斯而言，奥列格这个俄罗斯法师协会通缉犯的意义，在他能够提供大量的关于异种联盟的有用的情报，所以才会冒着开罪俄罗斯法师协会和雍博文两个强梁的风险，收留奥列格。 不要认为俄罗斯法师协会支持一种联盟，海默布鲁克斯就可以毫无忌惮的去得罪他。事实上，虽然几乎人人都知道俄罗斯支持一种联盟，但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拿到台面上来。俄罗斯依旧光明正大的、满口愤慨的，在国际法师委员会上斥责一种联盟的种种灭绝人性的做法，依旧精神上。 支持东欧法师协会，暗地里斗得你死我活，与撕破脸皮赤果果打脸，那完全是两档子事儿。如今眼见异种联盟颓势越发的明显，海默布鲁克斯便越加的小心，不给俄罗斯方面亲自下场的借口和机会。只是击败异种联盟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在奥列格可以提供重大帮助的前提下。 海默布鲁克斯还是选择了收留奥列格，但也是极为谨慎小心的，连自己的心腹都很少有告知的，为的就是尽可能减少被俄罗斯方面发现的机会。他要做的就是趁着俄罗斯内战这个空档，以最快速度击败异种联盟，然后在俄罗斯有暇西顾之前。 把奥列格送回俄罗斯，支持他在俄罗斯内战中搅浑水，为东欧方面赢取足够的时间来恢复发展。而当雍博文突袭一种联盟老巢之后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与干预东欧战事的迫切的愿望，让海默布鲁克斯看到了另一种不用依靠奥列格的选择，这个选择更加安全可靠。 既可以赢得雍博文这个强势崛起的新兴人物的友谊，又可以最大程度延长俄罗斯内战的时间。海默布鲁克斯已经通过与雍博文的交流中，微妙的感受到了雍博文对俄罗斯方面的态度，那显然不是全力支持乌里亚娜重新一统俄罗斯的想法。这样一来，奥列格就真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了，不。 应该是烫手山芋，留着他，既无大用途，又容易惹来俄罗斯光明正大的谴责甚至攻击。现如今还没有处置他，大约是一方面顾及着他大降魔师的面子和信怒，另一方面也是没有想好怎么妥善的处置。但正像伊利伊维奇说的那样，海默布鲁克斯是个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师。 相信一个政治人物的操守和信诺，那也未免太不靠谱了。当然，在那之前，我们会显示一下足以支持你的实力，你可以据此做此判断，与我们合作是否可行？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奥列格开始问实质性的问题了。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那是死也没法做的。 对于法师而言，有时候死亡往往却是更恐怖、痛苦的开端。伊利维奇轻轻挥了挥手，很简单的事情。我说了，听说布鲁克斯夫人思念幼女成疾。这个时候，要是有人给她些关于凯瑞小姐的消息，比如说她死前怎么遭受痛苦折磨。 死后又怎么灵魂不得安生？如今又被练成了阴阳兵，这件事情，他一定想迫不及待地见到女儿吧？而现在凑巧的是，凯瑞小姐就在东欧。据我所知，凯瑞小姐很爱她的母亲，如果接到母亲的邀请，一定会很想跟母亲再见一面吧？而作为杨兵的梅亚轩与凯瑞关系一直极好。 凯瑞提的这个只是见母亲一面的小小的要求，应该可以获得他的满足吧。随着伊利维奇的挥手，一张光碟儿出现在了奥列格的面前。这个是凯瑞小姐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录像，希望可以通过你交给布鲁克斯夫人。当然，你也可以先看看内容，以免到时措手不及。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奥列格隐隐感到有些不安。按照正常角度猜测，伊里维奇这样做看起来应该是激发布鲁克斯夫人的母爱天性，不顾一切的想把女儿抢回来，不让女儿再做阴兵。但阴阳兵既然练成，阴兵阳兵不可分离，便算是强行分离，也会对双方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梅雅轩是雍博文的重要心腹，一手掌握着地狱火雇佣兵公司。雍博文肯定不会让他被掳走或是受到伤害，这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旦这个矛盾激化，海默布鲁克斯与雍博文的短暂的蜜月友好关系便算是正式画上了一个终止符号，甚至可能因此而反目。那么这样的话，谁会得利呢？ 已经进入倒计时计划的一种联盟，对雍博文强势介入不甘不满的欧美各方势力，亦或是俄罗斯方面，我们只是不忍心看到一个母亲因为思念女儿受到痛苦煎熬吧。那么很快你就会接到我们显示实力的消息，到时候就是你选择的最后时期。 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顺便说一句，海默布鲁克斯派来监视你的两个法师已经被干掉了。你先想好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伊里一维奇向着奥利格微微的一弯腰，缓缓的原地消失了。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用走门就可以进来，但却偏偏选择了这么危险复杂的正式进门方式。一方面显示出他对自身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是逼迫奥列格做出选择。那个两个监视奥列格的法师都是德鲁伊教团的佼佼者，海默布鲁克斯的心腹部下突然暴亡，就算给奥列格没有关系，也必然会引起海默布鲁克斯的疑心。 加快他处置奥列格的决心，留给奥列格的时间不多了。奥列格将那张光盘放进电脑，点击播放，屏幕上出现了一幕幕残忍暴虐到连他这个见多识广的情报头子都无法忍受的画面。这是凯瑞生前受尽折磨而死的录像视频。正常情况下，这份视频将在地下市场中流传贩卖。 甚至有可能在凯瑞死亡的现场就有变态的富豪在线观看。可以想象布鲁克斯夫人看到这一影像会变得怎么样的疯狂痛苦，又会因此做出怎么样疯狂的事情。奥利格的手微微的有些发抖。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选了。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八十三章：海默布鲁克斯如果知道了有这样一份录像，那么他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看过这个光盘的人活在世间。看过一百，杀一百；看过一千，杀一千。 看过一万，杀一万。不管是从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疼爱角度，还是从一个上位者必要的颜面角度，海默布鲁克斯都不会允许这份录像在世间流传。这份录像绝对不能让布鲁克斯夫人看到，因为那就等于是让海默布鲁克斯本人看到。奥列格突然明白过来了。 这份录像根本就是伊利伊维奇给他看的，根本就没指望过让他转交给布鲁克斯夫人手中的。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选择那样做。奥列格关闭屏幕，将光盘弹出，施了个法术，将整张光盘焚烧干净。青烟在房间中缓缓地缭绕不去，仿佛一个阴影中的鬼魂在徘徊着。 带来无尽的压抑与阴暗。奥列格目光透过青烟，看向窗外。天近傍晚，色方暗淡，落日仍在天边，占恋不去。可是新月已经在另一侧，迫不及待地升起。一如这个世界一般，新的势力已经冉冉升起，而旧日的光辉却仍然占恋不去。 意图挽回注定逝去而不可回复的荣耀。奥列格突然间对未来充满了悲观。像他这样属于过去的角色，或许正不自量力地挡在巨大的历史的车轮下，试图阻挡车轮的前进，但结果却注定是要被碾压成碎片，最后还会被遗忘的干干净净，留不下一点的渣子。 他试图阻挡的那个历史车轮，现在叫做雍博文，正冉冉升起的新一级世界强权。就算注定被碾压过去，也要做一颗，垫的车轮破损的石头，而不是轻轻的一压，便粉碎的螳螂。奥列格挥去青烟，把那些软弱连同青烟一同挥去，终于重新下定了决心。 走到他这一步，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前面无论是万丈悬崖，还是滔滔大河，都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哪怕是注定死亡。布鲁克斯夫人住在隶属东欧法师协会的专业法师医院的特护病房。其实他没有什么大毛病，主要还是心病。但是他这个心结，人人都知道，却没有人能够打开。那也就只能由着他来住院了。 这些年来，布鲁克斯夫人的时间倒有一半是在医院的特护病房中度过的。这一夜，布鲁克斯夫人一如往常一般躺在床上看书，打发时间。她虽然贵为整个东欧的第一夫人，但对于异种联盟的作战这件大事毫不关心。以前或许还会为了丈夫的事业跑出来东奔西走，扮演一个。 能干贤惠的妻子的形象，为丈夫赢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但是自从家中生变、遭异种联盟袭击之后，他便整个人都被打垮了，连这个基本的作秀都不想去做了。整日除了散步就是看书，便连海默布鲁克斯都很少见面了。翻过了刚刚看完的书页，布鲁克斯夫人若有所思的抬头。 看了看被床头灯映的一片幽暗的病房，眉头微微的一挑。出来吧，不要藏头露尾的。他本身也是一名阶级极高的法师，年轻的时候也曾上阵杀敌，就实际本领而言，并不输于海默布鲁克斯。一个披着宽厚法师袍的男子自黑暗中走出来。 布鲁克斯夫人，有件事情，或许你有兴趣知道。你叫奥列格，是海默最新聘请的私人助理。布鲁克斯夫人用一种很冷漠的目光注视着奥列格。有什么事情对海默说，不要对我说。你不是我的私人助理，你想说的事情我没有兴趣知道。很显然，布鲁克斯夫人如今虽然已经什么事情都不管，长期休养。 但是在敏锐性上，并没有退步。物反常即为妖。奥列格这个海默布鲁克斯的私人助理突然跑来找他，难道能有什么好事？奥列格毫不气馁，只是微笑着说：“难道关于凯瑞布鲁克斯小姐的消息，你也不想知道吗？”布鲁克斯夫人本来一直懒洋洋的半躺在病床上。 听到奥列格这句话，豁然地坐直了，全身散发出一种危险的气息，仿佛一只由慵懒的懒猫变成了准备择人而噬的猛虎。便是奥列格这种算得上是身经百战的法师，也不由得感到一阵难言的惊畏。这不仅仅是气势，还附带着精神类威压的法术。 显然，布鲁克斯夫人只在这一坐之间就已经施展了法术，来探测奥列格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奥列格尽量地放松身体和精神，毫不抵抗，接受布鲁克斯夫人的检测。布鲁克斯先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说着话递出一张照片。照片是经过特殊处理的相机拍摄下来的，能够清晰地拍下灵体类的鬼魂。 照片上，梅雅轩正站在街边买冰淇淋，而 r carry 则就飘在他的身后上方，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这还是当初在葫芦岛见到 r carry 成为梅雅轩的阴阳兵之后，从一个老牌情报人员的直觉角度来判断，或许有一定利用价值的，方才吩咐人暗中偷拍下来的。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张照片会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布鲁克斯夫人怔怔地看着照片，两行浑浊的泪水突然便流了下来，但她很快抹去了眼泪，重新恢复了平静的冷漠，将那张照片收起来，冷冷地注视着奥列格。海瑞被练成阴阳兵这件事情，海默知道了吗？他是大行家。 只从照片便一眼看出，凯瑞和梅亚轩是阴阳兵的关系。奥列格大为佩服，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快就抓住问题的关键的。同时又有些忧虑：如此思路清晰、神志清醒、意志坚定，布鲁克斯夫人真的能如伊利伊维奇所愿的那般为女儿不顾一切，甚至连东欧法师协会和雍博文的合作都不惜破坏吗？ 布鲁克斯先生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有些话不需要说透，只要点到就足够。布鲁克斯夫人微微点了点头，侧头看了看窗外的夜色，沉默了片刻。这女孩是雍博文的人，她对丈夫的情况很了解。 能让他连如此怨气都忍下来的，只有东欧战事的大局。而目前能够影响这大局的，自然除了雍博文之外，别无他人。他叫梅亚轩，是雍博文的得力心腹，地狱火雇佣兵公司的总经理，目前就在东欧监督考察相关战事。我本来应该杀了你这个居心叵测的。 布鲁克斯夫人看着奥列格，目露杀机。她怎么可能猜不到奥列格别有居心？而且这种居心很显然是要对丈夫不利。不过，看在你提供的这个消息的份上，我放了你。滚吧，离开东欧，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奥列格微微的失了一礼，缓缓的退向黑暗。离开之前，突然说。 还有一件事情，凯瑞小姐生前是被人蛇帮杀害的。说完这句话，他立刻发动法术逃离病房。<Yeah! S 1> 病房中发出一声压抑而痛苦的低吼，强大的法力波动化为实质，如同旋风一般横扫整个房间，将所有的物品都卷起来，搅得粉碎。 人蛇帮是如此的臭名昭著，落在他们手上的女孩子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极度悲惨的。布鲁克斯夫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奥列格离开之前这句话，好像一柄尖刀，挑开了布鲁克斯夫人强行压制的悲痛的愤怒。如果他再走的慢点儿，准会成为泄愤的对象。凯瑞，凯瑞，我可怜的孩子。 狂暴过后的黑暗中，响起了布鲁克斯夫人低低的喃喃自语，声音压抑着痛苦，还带着一丝疯狂。八月十五，月圆中秋，正是合家团圆、赏月吃月饼的好时光。这一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天还擦着亮，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自地平线上挤出来了。 努力的向着高空中央攀爬着。新农村屯儿自打建起了屯子，就没有这么热闹。从打一早上起，就见着一辆又一辆的小车驶进了屯子，目标毫无例外都是废弃多年的雍家老宅。如今雍家老宅可不是以前废弃颓败时的光景了、啊。 自打半年前，一帮子自称是雍汉生老头子徒子徒孙的人回来，就开始大张旗鼓的收拾粉刷，从里到外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拾到的整整齐齐。以前在屯子里住过的王老栓、柳少林、贺振光这些人，每天早早的就起来，在村子里溜达。 跟左右邻居谈天说地，而那些他们带来的年轻人就绕着村子跑步，或者在雍家老宅的门前的空地上打拳练功。看起来啊，雍家老宅似乎被这帮人改成了拳馆人。雍家可不是没有人了，屯子里的人都知道，雍家还有个小孙子就在城里住着，偶尔啊也会回来看看。 据说如今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了。若是让他看到宅子让人给占了，少不得要搞出这些事情来。而且王老栓这帮人都走了这么多年了，突然回来不说，还把雍家老宅给占了，就一个自称是雍汉生徒弟这种理由，没凭没据的。光听你说，要是也行啊！明天我就去天安门广场说太祖爷，呃，是我远房爷爷。 坐地儿先把天安门城楼给占了，那行吗？为此，村长特意跑过来看情况，还进去跟王老栓交流了一番，目的不外乎就是告诫他们，不好这么明目张胆的占人家房子。你们要是真看中这个房子了，哎，那就进城去寻雍家的小孙子，他现在呀年节也不回来一次了。 未必就还想着留着这刻着他最大伤痛的老宅，十之八九能卖掉同意呢。啊，你们这些人把宅子买下来以后，再用，那不也是名正言顺吗？其实这也是屯里人的意见。虽然灭门惨案那个事儿挺让人瘆得慌，但是当年雍汉生治病行医，恩泽遍布十里八村，老一辈的人都念着他的好。 总不忍心看着他全家人都死了之后还不明不白的让人占了房产，不是、啊？不过村长跟王老栓面谈之后，就再没干涉过他们这些人纠占雀巢的事情，反而约束村民不要去找王老栓等人的麻烦。据说，是王老栓出示了跟雍博文达成的用房协议，双方已经把条件讲的明明白白的了。 既然这事儿是双方你情我愿，又有手续，那旁人自然是不好说什么了。于是王老栓这帮人就安安稳稳地在雍家老宅住了下来。平时除了与村子里人闲谈、年轻人打拳练功之外，每天都有人赶来又离开。这来来往往的人里面，形形色色，不一而终。 有一看派头就是成功人士的大腹便便的胖子，有一身土迷彩的农民工，有文质彬彬的小白领，有学生仔，有矮混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开小车来的，有骑摩托的，有驾自行车的，还有干脆徒步的。唯一相同的是，别管来的是什么身份、什么来历，到了雍家老宅门前，都是紧张、激动。 一个个进门之前，定要先跪在门槛前磕几个响头，不把脑门磕青了都不算完。最初的时候，来往人稀稀拉拉，一天能有七八个就顶了不起了。可是越到后来，人越来越多，直到八月十五这天，这人潮汹涌啊，呼呼啦啦的一天愣是没断过。各式各样的小车在雍家老宅的门前。 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实在是挤不下了。还有停在村头谷场上徒步走过来的，有好事的村民站在门口闲看。估计这一天下来呀、啊，少说也得六七百人。雍家的老宅虽大，却也装不下这么多人呢、啊。只是这些人来了之后，直入雍家老宅就都不出来了。 这般只进不出的房，儿，这装下去，按理来说早就撑爆了，连房头屋顶都得占满了，都装不下呀。可是古怪的是，就见着这个人呢，源源不绝的进去，进多少都能装下，墙头、屋顶之类的地方也不见有人站着，想来都是院子和屋子里呢。这事儿，便透着股诡,诡异的。 若是有村民能走进雍家老宅大门的话，就会惊讶地发现，院子里虽挤了好几百人，但依旧显得绰绰有余。哎，这么个小院儿，正常装个五六十人就已经站不下脚了。可是这里几百人居然还有富余，看到这场景，只怕要叫一声见鬼呀！啊啊！啊其实要说起来啊，也好解释。 雍家老宅看着不起眼，就是百年大战之后太平道苦心经营的老巢。用上了空间组合的法术，雍汉生和师傅松岩道人两个亲自动手，将一处原始形态的半位面空间切割开之后，使用符法阵术重新与雍家老宅进行粘合，使得雍家老宅变成了一个在本位面世界中单独存在的单位面。 只要激活相应的法阵，就能随着人数增减而自动地控制空间范围。王老栓作为雍汉生的亲传大弟子，自然是知道这个法阵的激活方法这一日是太平道重聚的大日子，来参加聚会的太平道众，初步估计也有个小一千人。这其中一部分是当初被雍汉生遣散的，但更多的则是。 被这些遣散的太平道徒的收的弟子，这么多人来参加宗门大聚，若是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那未免太搞笑了，是吧？这这进屋窗台坐一堆，炕上坐一堆嗑瓜子的老头，是吧？啊，厨房站一堆，院里排一堆，剩下实在小份排不开了，上房顶上坐着去吧？那可，那可又闹了。所以王老栓一早就激活了法阵。 将雍家老宅转变成了半位面空间，又备好了一应物品，以接待回归的同伴。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宗门大会能够召开，那就意味着参与的道众们都希望能够重建太平道山门。王老栓作为大师兄，虽然大事上、决议上不成，但是处理。 这些细末的琐事啊，却、就是一把好手，便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迎接的一应工作。果然把一样样事情都处理的井然有序、条理分明。此时来参加大会的各路弟子都已经来得七七八八了，王老栓正指挥着人排凳子、端茶水、挂条幅，忽然见到门口把守的弟子跑进来，报告。 门外来了四个法师，说是春城地方法师协会的代表，呃，恭祝太平道重开山门，还带着挺多礼物呢。尽管把法师协会斥责为投降主义和带路叛徒，但是王老栓等一众师兄弟却没有人否认法师协会的巨大影响力。在如今这个世道啊，法师协会就是术法界公认的正统势力，那些不肯加入门派的，往往会受到极大的排挤。 以至于连立足都难以办到，只有得到法师协会的承认，加入法师协会队伍，才有可能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毕竟不是所有门派都能像龙虎山那样啊，可以得到一个半位面空间来容身发展，也不是随便哪个门派都能像龙虎山那样有一位预备一仙人坐镇的。 这段时间以来，王老栓一众师兄弟也在讨论重建山门之后如何发展。讨论来讨论去，想发展壮大就必须重新融入主流书法界，而现在主流书法界的代表正是法师协会，这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哎呀，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就是最保守强硬的贺振光，也不得不捏着鼻子。 承认现实，大家得出的结论就是：重建山门之后，还是要以门派身份加入法师协会，以赢得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八十四章。 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太平道门人最终只能同意啊，以门派身份加入法师协会，赢得发展的空间与时间。只是自报名号的跑去加盟，未免太辱没了太平道这千年威名了。大家都还琢磨着怎么能让太平道主动上门邀请呢，一直没有什么结果。 没想到这法师协会的法师居然主动上门来了，真真是太凑巧了。王老栓立刻抛下手头一切事物，亲自带着几名弟子赶到门口去迎接那四个法师协会的代表。王老栓带着几个弟子赶到大门口，就见着四个穿着西装的男女站在门前，心下有些不喜。他是比较老派保守的法师。 对西方传进来的东西啊，向来都是十分抵触的。那、啊、当然了，什么日用电器这一类,类还勉强能接受，是吧？毕竟能让生活更加便利了，无论对法师还是对普通人都是好事儿。可是对衣着打扮的西化大潮，那就是十二分的不能接受了。尤其是这西式的礼服，更是深恶痛绝。用他的话来说，老祖宗留下这么多好看的衣着打扮啊，就算不穿满清时候的一样。 还有之前的很多一样可以选呢，为什么非得选洋鬼子的衣饰呢？所以，不仅他自己常年都是一身的中式的对襟大袄，便是门下弟子也是一概的不准西式着装。看到了，那是要毫不客气的训斥的。只是如今要加入法师协会，这些看不惯的事情以后只怕更多。要是连个衣着打扮都不能接受，那还谈什么融入主流书法界啊？啊 当下，王老栓还是捏着鼻子忍下心头的烦恶，客气地拱了拱手：“啊，让四位久候了，在下太平道门下王老栓。”四个法师赶紧拱了拱手，穿着西装拱手，让王老栓怎么看怎么别扭，尤其是当先那个，原先是打算伸出手来跟他握手的。 只是看他没有伸手的打算，才及时把手缩回去，改成了拱手。当先那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很是客气。原来是王道长，在下春城法师协会主席冯增祥，特来恭贺太平道重建山门，这是一点小小的贺礼，不成敬意。冯增祥身后跟着一个年轻法师，上前一步，恭恭敬敬把手里拎着的一个提兜递上。 一听对方居然是春城法师协会主席，王老栓吃了一惊啊！这可是真正的大人物啊！因为要加入法师协会，那必然需要对法师协会做一些了解呀、啊，所以大家就对这个春城法师协会好好了解一下。好在诸位师兄弟也不全都排斥在法师协会之外，于老泽就在山东那边加入了当地法师协会。 从他那里就能知道地方法师协会的各种构成以及春城法师协会的情况。主席，那就是法师协会的行政事务首脑，妥妥的一把手。就算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各地方势力，但是排位上总归是一把手。哎，这要上了梁山，那是第一把交椅的。尤其是在吉省，春城法师协会。 地位特殊，因为特殊原因，吉省没有省级法师协会的，春城法师协会实际上的权利就等于是吉省法师协会。那眼前这个冯增祥，也就是事实上的吉省书法界第一人，啊，如果不算雍博文的话。为了解释这个特殊原因，于老则特意的讲了讲当初于承市与总会的博弈，以及现在雍博文在法师协会里的权势地位。 让太平道的诸人着实大吃一惊啊！想不到师爷的小孙子居然闯出了这么一大番局面。也正是因为于老泽的这番宣讲打下了基础，在雍博文抛出糖衣炮弹，并且由于老泽发射出来之后，才会有那么多太平道弟子迫不及待的争先恐后的加入到雍博文公司里去。现如今，太平道诸人对雍博文的感官很是复杂。 一方面，这是师傅的唯一血脉，自然要照顾亲近，这是没得说的。敢不这么做，那都是纯属的狼心狗肺那伙的啊！先得被自家兄弟瞧不起，以后你也不用在太平道里做人了。另一方面，雍博文所展露出来的才干和勃勃的野心，却让他们极为的忧虑。 尤其是雍博文拒绝在宗门大会前与诸人会面，反而通过余老泽抛出那么大的诱饵之后，更加显示出他不想受到太平道诸人压制的决心。唉，那这就有矛盾了。雍博文是雍汉生的唯一血脉，不让他认祖归宗，那这山门建的就毫无意义，尤其还是雍家老宅这里建起来的。 可是让雍博文回归的话，以他现在的实力和表露出来的意图，宗门之内大约是别想有人能压得住他。可是他终归是小一辈的弟子，无论掌门还是四大祭酒，都肯定轮不上他来当。但无论谁当上了掌门和四大祭酒，门中有这么一个不听使唤，而且很有可能反受其制的弟子，大约也都不会太甘心，闹不好就是门派内部分裂的下场。 这让王老栓等人都是忧心忡忡啊！可是事到眼前不能不发，所以众人一商量，这次宗门大会便取消了邀请其他门派观礼这一项。到时候万一起了什么纷争矛盾呢、啊，也是门派内部消化，不至于传出去让人笑话，不是啊？可是现在冯增祥的突然到访，让王老栓很有些猝不及防的、措手不及的感觉。于老泽可是说了。 在几省书法界，真正的画事人是雍博文，只不过雍博文日理万机，事务繁忙，实在没工夫管这些术士，这才把亲信冯增祥给推上位，代表自己管理法师协会事务。这冯增祥也是事事前事，绝不自作主张，简直就把自己放到了雍博文秘书的位置上。 既然如此，冯增祥的到访是不是雍博文的意思呢？他难道想通过冯增祥给宗门施加压力不成？还有这个可能啊。于老泽最近的表现已经清楚的说明，他这个做师叔辈的已经很不客气的投靠了雍博文这个师侄，俨然就是雍博文在宗门内部的代言人的身份了，积极宣传雍博文的各种好，雍博文公司的各种好。 还把他那儿在雍博文集团当大经理，啊，据说在地狱开发事务上那是具有大事话事权的头面人物啊，全国各地法师见到他都得客客气气的恭维着，把这档子事拿出来四处宣扬，引得无数弟子借着他这个门路加入雍博文公司。如今这些弟子都主要在地狱做开拓方面的工作，手底下少说都有百八十个恶鬼傀儡或是地狱土著。 一个个混的人五人六的，每月挣的钱、分的福利，连他这个当师伯的以前都不敢想象。这些个弟子回来就一顿显摆宣扬，便有更多弟子纷纷加入公司，这简直就是恶性循环。那他们这些做长辈的还真没法办法阻止。一来人家这些小辈儿自食其力啊，学有所成之后自动出去找工作谋生，走的是正道，干的都是体面事儿。 还干得挺好，这本身就是值得奖励表扬的事情啊，没什么角度批评。二来呢，这公司是宗门自家人开的，人家照顾自己人才给了那么多有发展前途的好位置，你有什么理由不让门下弟子加入吧？真要全力横拦着、竖挡着，那就清清楚楚把对雍博文的忌惮给表现出来了，那让人看成什么话了？好啊。 你们的师傅为了救你们，不惜填尽了一家人的性命。你们这些王八蛋回来就恩将仇报啊！连人家唯一子孙血脉的子孙都防备着，人家想为宗门弟子做点事情都不让、啊。这要传出去，他们还要不要做人了、啊？先不说外人，就是门下年轻弟子们，首先都不能接受喽。当然了，最让王老栓生气的还是于老泽。你儿子干得好就干得好呗。 至于一天天跟打了鸡血似的，见人就扯着宣扬吗？啊，我儿子干得好！<laughs> 这要是没有宗门派他去雍博文公司卧底，就近观察雍博文的情况，哪轮得到他抖起来呀？这事归根到底啊，你得感谢宗门的安排才对。宗门还没追究你儿子不务正业这档子事呢。哎，闷心归闷心，有疑虑归有疑虑。 可是冯增强既然上门了，王老栓自然是不能不接待，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何况人家还拿了礼物过来呢，赶紧让身后弟子接了，自己客气。哎呦，冯主席有失远迎了，呃，还请里面坐，里面坐。也不看那个礼物是什么，侧过身子先把冯增强往院子里让，别管怎么说，得先把客人让进屋里坐下喝杯茶才是待客之道。 冯增祥往里走，边笑着说：“哎呀，是我来的突然了，还请王道长不要怪我是不速之客才好啊。太平道是我国术法界重要的门派，尤其是在百年大战之中，领导群雄抵御外辱，为维护我国术法界的独立和尊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的贡献。这次太平道重建山门，那是全国术法界的大喜事啊！我听到消息就赶过来了。” 要是这重建的大典都不参加，我这春城法师协会的主席也当得太失职了。王老栓，那接了礼物的弟子稍落后几步，悄悄地打开袋子看了几眼吓，吓了一跳，悄悄使了个传音秘法给王老栓：“师傅，这房主席送的是一套鬼魂转换器呀、啊。”鬼魂转换器，如今算是术法界最新贵的产品。 王老栓也是从于老泽那里听说过这个东西，市面价目前已经升到了每台近五百万美元，那还是有价无市呢。城市公司一直把这个东西定位为奢侈品，每年限量生产，而且保证生产出来的总数量只有五万台不变。也就是说，只有这先期生产出来的五万台中有损坏掉了的，这台损坏掉的仪器。 返回原厂，才会有新的一台面试。这么点数量，对于庞大的法师群体而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好吧，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雍博文集团生产的，但雍博文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把这么贵东西拿来给宗门使用吧？曾祥这份礼可真是太重。 王老栓心里反而更加担忧了。老话讲得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长白派跟太平道没什么交情啊。风增祥也是第一次上门跟太平道诸人打交道，一出手就这么重的礼，这是想干什么呀？或者说，雍博文他派了这么个先锋过来，想干什么呀？ 虽然这次的宗门大典没有邀请宾客的打算，但是休息房间还是准备出来，原是打算大典间隙给王老栓这一辈弟子休息用的。当年雍汉生遣散太平道，这些弟子各奔东西，都有一身的本事，到了哪里就在哪里开枝散叶。如今便是王老栓这样性子稍有些懦弱的，都有一帮弟子，更别说其他人了。 也都是小有势力成就的。如今众人回来，算起来，长一辈儿，除了一个不知所踪的二师叔之外，其他的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这些人就算是辈分最大的了，自然可以有小小的小特权啊，比如专门的小休息间啊。不过现在这休息间里暂时还没有人，倒正好派上用场，临时转换功能，成为待客间。 王老栓把冯增祥四个人让到了房间里，让弟子上了茶水，坐下陪着叙话。冯增祥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来参加太平道重建山门管理大典的，要做管理宾客，也已坐得稳当，根本就没有走的意思。王老栓心里存着事儿呢，有一句没一句的陪着冯增祥正聊着呢，又有弟子进来禀告。 阿师伯，外面又来了四个人，也说是春城法师协会的，特意来恭贺咱们重开山门。冯增强听了，便是眉头一挑：“哟哈哈哈哈，还真巧了！看起来有心人可不止我们呢。”王老栓告了个罪，啊，我先去迎候，让冯增强暂时安坐，自己又赶紧的起来出去。出了休息间 王老栓便拉着那个报信的弟子，赶紧去找你柳师伯，让他先来陪陪这位冯主席。之前啊，王老栓没有多想，便出门迎接了。现在琢磨过来了，生怕自己思虑不周，再出什么差错，这会儿便赶紧找自家那个多谋善断的师弟出场。王老栓自己带着两个弟子又赶到大门口，就瞧见一个长方脸儿。 中年男子带着三个人站在那儿，连忙上前拱手：“哎呀，让几位久等了，在下太平道门人王老栓。”那个长方脸儿中年男子拱手回礼：“见过王道长，在下春城法师协会理事会理事长顾西江，特来请和太平道重开山门，这是小小贺礼，不成敬意。” 身后跟着一个法师，立刻上前奉上了四四方方小盒子，包扎得相当精美。王老栓一听，这春城法师协会理事长也来了，这可是春城术法界的第二号人物啊！当然，此排位没有算上雍博文啊。如果要算上雍博文的话，那雍大天师之下都是渣渣。这些都是身份平等的门下走卒了。哦。 呃，原来是顾理事长有失远迎，快里边请，快里边请。说来真是巧了，冯主席才刚刚到。王老栓把人往里边让。顾锡江听到冯增祥也在这儿，不由得微微一挑眉头。哦，倒是让冯主席抢先一步了。举步就往院里走，倒是毫不客气。接过礼物的那个王老栓弟子赵丽落在后头，悄悄的扯开包装。 打开盒子，瞄了一眼，赶紧给自家师傅传音：“这位顾理事长送的是傀儡驱动核心，看起来应该是个妖魂之类的东西炼制的。”雾华派，制贩傀儡出身，如今又与雍博文集团在傀儡制造方面有着深度密切的合作，可以说是为雍博文集团提供傀儡作战部队有力保证。 如今在傀儡制造这一项上越发的精深，送个傀儡驱动核心也算是专业特产。只是如今这世界上妖魔鬼怪紧缺，驱动傀儡核心多用的是纯法力驱动，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补充法力才能继续运转。而以恶鬼妖魂炼制的驱动核心却是永动性的，不需要再补充驱动法力了。像是这妖魂炼制的驱动核心。 是市面上目前最顶级的傀儡驱动核心，单这一个驱动核心就能卖上个百八十万呢，美元。王老栓心下不由得犯嘀咕：难道说春城法师协会礼都这么重啊？出手不上个百万，挂个美元之类的单位也都不好意思露面 当然，现在美美美元也不值钱了啊、哎！一路将顾惜江让到了改成会客室的休息间柳少林已经坐在那里陪着冯增祥闲聊了。看到两个人过来，便都站起身来。顾西江先跟柳少林见了礼，然后才对冯增祥说：“老冯啊，你来的倒是够快够早的呀！”啊。 也不说跟我通个气儿，大家搭伙来不是更好啊？哈哈哈哈哈！不跟你通气儿，你不也来了？只要人到礼到，先后有什么关系啊？都是来庆贺的，快坐吧，快坐吧。吴少林将王老栓拉到门外，低声说：“我看这事不对呀、啊，师兄你就辛苦些呀啊,啊！照我看呢、啊，今天这不请自来的宾客不会少喽。” 王老山忧心忡忡：“你说这是不是雍博文搞的呀？把他这些手下都先打发过来，到时候别惹出大乱子。”柳少林摇头：“看情形不像，十有八九是自作主张，为了拍雍博文的马屁。先看看情况再说。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门上的大日子，绝不能容人随便破坏。就算来的人再多，又能怎么样啊？咱们这么多人也不是吃素的。” 随着王老栓和柳少林在门外说话的功夫，冯增祥低声：“我姑啊，不是我小气不通知你，只是我琢磨着这个事儿吧，翁总未必就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看他现在协会注册的出身还是天师北派，也没有改的意思。冒冒失失的跑了也不知道是对是错，自己一个人冒冒风险也就算了，有什么事情也不会对我有太大影响。” 我怎么也不能拖着你一块儿来冒这个险吧？你跟我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指的是站队的时机。冯增祥在之前已经站了队，而顾锡江却是在最后关头才反戈一击，靠出卖队友投靠了雍博文，这就显示出巨大差距。了。因着这个差距，冯增祥在雍博文眼中那就是信得过的。那顾锡江虽然服了降了。 却还是有待观察的对象，一有什么不对，马上就会被拿下。哎，老冯啊，这你可就差了。照我看呢，雍总这身份怎么也不能做这么悬，倒不如趁此机会直接点破，在协会的档案那里改过来，也就是。这次太平道宗门大会，就是个绝好的认祖归宗的良机，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圆满了，雍总想必也能省不少心。 不用整天被这个定时炸弹有负担了。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八十五章，顾惜江所说的“背着个定时炸弹”，指的就是雍博文的出身门派。到目前为止。 雍博文在法师协会注册的门派还是天师北派。他要是不出名，只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小人物，这么注册也就无所谓谁会关心一个毫无影响力的小人物的出身门派真假的问题呢？可是现在，雍博文名动天下，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无数人的眼光。他在法师协会注册的个人资料，早就被不知道多少有心人给研究个几十上百遍了。 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都会被无数的放大，而这个出身天师北派，就是个最值得让人怀疑的地方。从来就没有人听说过天师北派这个门派、啊，而天师派，也是在接到多人问询之后，谨慎的表示：“哎，本派从来没有分过南北派这种东西，天师北派，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呀。”当然了。 天师派考虑到这么说有可能会得罪雍博文，这是这可是个得罪不起的主啊，还特意的留个话头，表示呃，也有可能是派中某位前辈在远走北方之后传了弟子，以天师北派自居也说不定。既然连天师派本派都否认了天师北派的存在了，那么毫无疑问，雍博文注册的这个出身门派啊是假的，这问题可就大发了。 一个法师协会在册的指挥会员，全国总理事会的副总理事长，在北方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居然连出身来历都是伪造的，那么他还有什么是真的呀？还有哪些资料是可以信赖的呀？由此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怀疑。那雍博文到底是出身什么门派呀？什么来历？是不是以前那些曾经被驱逐海外的门派抢回来卧底的呀？ 哎呦，那他加入法师协会是不是心怀叵测呀？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悄然的流传了。只不过雍博文现在实力太强，名声太大，谁也不敢当这个出头鸟去质质问雍博文这件事情。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埋下了根源，即使一时不发作，也迟早会酝酿发酵的。 最终在某个最不合适的时机爆发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公开雍博文真正的师承，抢先一步把这个定时炸弹拆掉，以免在以后惹来麻烦。所以在风声开始流传之后，雍博文便让人向外透露自己真正师承的风声。太平道虽然树敌众多，但却是根正苗红。 那是再正宗不过的、再合理合法不过的大门派了。像冯增祥、顾锡江这样的高层，又是紧跟着雍博文步伐的铁杆自然是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消息。也就怪不得听说太平道重开山门之后，两人第一时间就赶来庆贺了。他们庆贺的不是太平道重开山门，是雍博文认祖归宗，解决一个不大不小的隐患。 两个人都是从机场接了雍博文之后，立马拿了准备的东西，先雍博文一步跑来庆贺。只不过就这，顾惜江终究慢了一步。柳少林跟王老栓说完话，返回屋里陪这两个人聊天去了。两人也不在这个敏感的话题上继续说什么，反正意见交流到了，接下来主要看雍博文打算怎么做呗。他们最多只能跟着帮着摇旗呐喊什么的。 王老栓依着柳少林的安排，返回到大门口，准备迎接陆续到来的宾客。果不其然，没多大会儿功夫，几省各大门派纷纷赶到，紫霄派、正一派、东庭教等等等等，但凡是数得上名号的，全都派出了重量级人物作为代表前来庆贺。比如东庭教，就是梁婷婷这个教主亲自登门拜贺的。 这些后来的宾客先报被迎进门，一看冯增祥和顾锡江两个人早就坐在屋里喝茶了，啊，都都可能喝了一壶，上好几趟厕所了，不的都是暗骂呀：“这这两个人不地道啊！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自己偷偷跑来呢？应该组织大家一起登门才对嘛！这要是有谁一时间误会了事情的重要性，没放在心上，以至于没来的话。” 万一让雍大天师给误会，不把他当的不把事情当回事儿，那不呜呼哀哉了？离这正时还差着好久，就已经是宾客满棚了，几省大小门派基本上全都到齐了，而且来的都是协会内任职的相关重要的成员，相当多还是掌门人亲自来访。要知道，太平道之前可是没有发过请帖的呀。 这些门派全都是闻风而动，不请自来。这太平道的面子那可是大了去了。当然了，王老栓等人心里也很清楚，不是自家门派给力，隔了这么多年，还是如此被同道重视，而自家师傅的孙子给力，人家是看在雍博文的面子上来的，也有可能那根本就是雍博文的授意。如果情况真是后者的话，那雍博文心思可就很值得揣摩了。 来客间隙，离这正时还有一个钟点左右的时间，便再也没有宾客登门了。哎，王老栓松了口气，这看到门房里堆着的那些礼品，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虽然后来者的礼物都没有冯增祥、顾顾锡江的贵重，可无一例外，没有一个简单的应付货色。 可以说，每一件礼物都体现出了赠送者的极度用心，每一件礼物都是价格不菲。这不是看在太平道的面子上，太平道虽然曾经叱咤风云，但那毕竟是过去式了。数十年足够将任何一个风云门派遗忘的干干净净。如今，很多法师甚至连太平道这个名字都感到陌生。这是雍博文的面子，王老栓清楚的很。 人家都是看在雍博文的份儿上才来的，这礼物分量越重，就越能体现出雍博文的分量有多重。原先虽然也知道雍博文现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叱咤一方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但毕竟是道听途说印象模糊，而且总有那种想法：他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算再做的出色，又能有多大的成就啊？ 估计呀、啊、是被吹出来的居多，于老则眼瞅着是把自己绑上雍博文战车，自然是要全力以赴的替他吹嘘了。而现在，王老栓终于从这如潮的宾客和价值连城的礼物上，看到了雍博文的巨大影响力。那堆在门房里，专门派两个弟子守着的小山一般的礼物，就如同真正的大山一般，压在王老栓的心头上。 门下有这么个实力强劲的弟子，未见的是福啊！对即将重建山门的太平道而言，是祸非福。如果雍博文起争夺掌门的心思，谁又能压得住他呢？可以他的辈分，如果重建山门就当了掌门，那让王老栓这一辈人往哪放呢？更何况，这孙成爷爷也不符合太平道一直以来的传承习惯呢。 看，这时候差不多了。王老栓作为大师兄，不可能再在门口守着了。当下交代了自己两个弟子在门口守着，自己要回去准备典礼事宜。虽然在处事上不怎么服众，全凭老二柳少林指点，可是他再怎么说也是大师兄，是眼下太平道诸人中最年长的。这典礼必须得由他来主持。如果没有意外，他也必定是四大祭酒之一。 只是这掌门就肯定轮不到他来做，就是了。对此，王老栓也是极有自知之明。筹备典礼的时候，就已经主动提出自己不会参与竞争这个掌门位置的。无论怎么样，他是大师兄，都是掌门位置的最在力的竞争者。他的高风亮节，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建山门第一次大会上可能产生的争执和矛盾。 王老栓交交代完了之后，正要返回院内，忽见前方村路上一阵的纷乱，守在路上的弟子都伸着脖子往村路那条张望呢，还有慌慌张张往回跑的。打点在即，宾客众多，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啊？<coughs> 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太平道是什么样的乌合之众呢？你们师傅没教过你们遇事有静气的道理吗？ 一个慌慌张张往回跑的弟子，一见大师伯训人，立刻停下脚步，不敢再跑了。王老栓虽然在自己这一辈师兄弟当中没什么威信，以软弱寡断而著称，但对于弟子却向来严厉，在晚辈的面前相当有威严。其中一个往回跑的弟子禀告大师伯：“村口那边来了个车队，好像呃人跟着车队在跑，看起来气势汹汹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来砸场子的。” 砸场子！太平道在百年大战的时候树敌众多，这是不假。但如今的中华术法界当家的是法师协会呀、啊，而法师协会的主要组成力量还是当年百年大战时的同性会、主派及倾向同性会的门派。跟太平道就算不亲厚，也不至于这个时候上门来捣乱呢、啊。这次可是太平道重建山门的大典礼。 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就算过往有什么小矛盾，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上门来搞事儿的。那等于是当面打脸，小事儿也得变成大事儿，小仇也得变得不共戴天。更何况，更重要的一点，整个春城法师协会各大门派都已经知道雍博文的真正师门是太平道，这个时候上门来打太平道的脸，那就等于是打雍博文的脸。太平道已经沉寂太久了。 没什么威信可言，或许真会有那么一个两个不信邪的想上门来打打脸，但是雍博文却是不同，正如日中天，哪个敢不开眼打他的脸？之前不信邪想打雍大天师的脸的家伙，那下场可都在那摆着呢。王老栓虽然优柔寡断，但绝不是没有脑筋的人，否则也不可能成为雍汉生的真传首徒。 略一思忖，便反应过来了：什么砸场子？啊，那是又有同门到了，都消停待着。我先回院里了。这个新到的同门，必然是雍博文。除了雍大天师，谁敢在太平道重建山门的典礼之前摆那么大排场？那是不给雍大天师面子。但是雍大天师自己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王老栓也听于老泽说过，因刺杀事件，雍博文出入都是警卫众多，能看到的就够组成一个排的，还有更多看不到的隐藏警卫，天上飞的监控啊，地下溜的小微型傀儡啊，走到哪儿都是立体保卫，力求全方位无死角，真残留。正是因为断定是雍博文回来了，所以王老栓才立刻返回院内，不在门口待着。 开玩、哎、笑啊！他可是雍博文的师伯呀，站在门口迎接他，那成什么事情了、啊？还有没有新尊卑长长幼之分呢？这要让外人看到了，指不定怎么笑话雍博文呢。你雍博文在外面势力再大，回到太平道也是一名普通弟子，要按规矩办事啊。这才是名门大派的气度风范，不能说你势力滔天，回到门内也无视一切，横着规矩走吧。 真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太平道历代祖先都会觉得蒙羞的。门外弟子们听王老栓这么一说，还都以为是又是哪个分支集体回来参加大典呢，都放下心了，只是忍不住在心里嘀咕：哎呀，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系同门呢，这排场倒是够大的啊！一溜车队不说，还有那么多人背着剑匣跟着车齐齐刷跑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特意给其他同门一个下马威呀、啊。 但不管怎么说，门前这一带重新平静下来了，大家都是各司其职。不多时，就见着排着两队、排着剑侠的西装马尾男，沿着小路而跑，都是二十多岁的精壮汉子，齐刷刷的跑过来，脚步声嚓嚓嚓响成一片，每隔五六米必然分出两个来往路边一停，剑侠下肩。 双手往地上一拄，就跟钉子一般，在那里是纹丝不动。这条队伍就这么一直跑，跑到了雍家老宅门，分两列，大门两侧，把那些门前的太平道弟子都给搁到了外面了，那简直就跟清场一样。一支由十余辆车组成的车队，这才缓缓而来，开至大门前，同时停下，除了中间一辆之外。 前后所有车辆都是齐刷刷的，哗，同时打开车门。同样打扮的年轻男子纷纷下车，围着中间那辆车，面朝外，组成一道新的防卫圈。待到所有人都完成了布防，中间那辆车才打开车门，下来一男两女。啊、哦，那就是雍博文吧？有人情不自禁地呼出声来。虽然大典尚未举行。 各分支之间的许多弟子都相互不认识，但这大半年下来，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雍博文是谁。他是师祖雍汉生留下的唯一血脉，他是春城术法界第一人，他是掌握着武装殖民集团的殖民大亨，他还是目前门中许多年轻弟子的大老板。很多人，尤其是已经加入雍博文集团的年轻弟子。 都已经看到过雍博文的照片了。此时雍博文一露面，便立刻认了出来。哎呦，不愧是大老板呐，这气派，这场面吊爆了。看起来比几位师叔师伯气场还要大呀。这不废话吗？几位师叔师伯总共才管几个半人啊？人雍博文手底下可是几千号人类员工、殖民仆从、军傀儡什么的，那一百万计呢，和人家比起来。 师傅他们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哎，不知道宗门里有谁能压服得住他呀？哎呀，几位师叔师伯是不是傻了？不是，啊，事先就把宗门重要的位置都分派给完了，也不知道给人家留个位置。这要是让人家不满意，还指不定惹出什么幺蛾子来。就是，一众太平道弟子小声的议论，虽然都刻意压低声音，但人一多呀。 这七撒声就不自觉大了起来。哎呀，兄弟这兄弟这啊，是这、啊、是啊，这弟们。雍博文恍若未觉，带着艾丽云和于春兵径直朝大门走去。韩汉义等人老实的守在路边，也不跟着。大老板这是认祖归宗，回去参加门派大典，又不是赴什么鸿门宴。进了宗门驻地。 要是还带着一大票保镖的话，那未免太不给众这个门人诸人的面子。当然了，潘汉义放心不跟着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已经知道协会各门派都派出代表参加观礼，少说有几百十号人呢、啊。有他们在，太平道就算真想摸摸雍伯文的老虎屁股，他们这些人也绝对不会坐着旁观没表示的。 守门的王老栓的两个弟子看着雍博文大踏步而来，一时间被他的气势所逼，连冷汗都顺着背流下来。看到他走到近前，赶紧先施一礼、啊：“欢迎雍师弟回归师门。啊”那态度客气恭敬的，简直跟对着自家师傅没什么区别了。啊，有劳两位师兄了。我们文拱了拱手，带着两女迈步要进门。其中一个王老栓弟子。 赶紧拦住，有些为难。嗯，雍师弟，这次是宗门大典，家属什么的，还是不要带。他们两个不是家属、啊。雍博文左右看了看，艾丽云一抱拳：“龙虎山艾丽云代表龙虎山恭贺太平道重建山门。”于纯兵也是一抱拳：“茅山派于纯兵特来观礼太平道重建山门大典。”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 演播：文浩，后期：父子。第六百八十六章：两个女人，一个明显二十出头，一个更离谱，明显二十未满。一张嘴就代表了龙虎山和茅山派这两个名声响亮的一流大派。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情吗？两个王老栓弟子自然是不相信这种事情的。 他们可不像师长那样消息灵通，知道雍博文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两人不由得很有些为难的对视眼，这两个女人明显是要跟着雍博文来的呀。要是就这么表示不相信他们的话，未免有些打雍博文的脸。雍大老板的脸是那么好打的吗？别的不知道，但这两个弟子至少还知道自家师傅最近一直在忧心可能被雍博文打脸的事情。 可是要这么含糊的就放进去，里面各门各派代表已经小百人了，让人家识破了，那丢的可是太平道的脸啊！看到两个弟子一脸为难的样子，雍博文笑了笑：“两位师兄，他们两个真的可以代表龙虎山和茅山派，放心吧，这个我可以打保票。我们可以进去了吗？”两、那个王老栓弟子听雍博文这么说，就知道拦不住了，只好样样的让开路，还怕雍博文不爽，解释。 呃，雍师弟，我们也是职责在身。哎，怎么，我那么像小肚鸡肠的人吗？这么点道理都不懂？不再说什么，杨长进了院子。艾丽云和于春兵也不理两个人，像两个尾巴一样紧紧跟在后边，倒让两个王老栓弟子好一阵的不安。我说师兄，翁师弟不会生气了吧？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我前两天。 刚走了于师叔的门路，准备去地狱那边工作的，就差报道了，不能让这事儿弄得打水漂啊！嗨，你以为雍师弟是什么？他这种大人物哪会计较我们这点小事情？他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放心吧。啊，对了，你小子什么时候跟于,于师叔联系的啊？连我都蒙过蒙在鼓里，亏我平日里对你那么好，有这种好事也不带我一起，就顺、是、着你自己。哎，师兄。 这不也是没什么把握，想试试看吗？没想到居然就成了，还是于师叔爽利啊！哎，放心，回头我就带你去见于师叔，让他也帮你安排安排。于师叔有那么大的本事，还是跟雍师弟关系很好，说安排人就能安排人。师兄，你糊涂了不是？于师叔哪来那个本事啊？人家不过就是有个好儿子啊。 于伯钧师兄现如今是雍师弟公司里独当一面的大红人儿，主掌地域一方的事务，位高权重，安排几个人还不容易。而且我听于师叔说了，这事儿雍师弟也是放过话的，让于师弟尽可能的照顾安排，都是自家师兄弟，只要得力，那肯定都是要大用的。还有什么人比自家人更可靠放心的了、啊？那个师兄考虑的却是长远一些。 呃，各支的师兄弟最近投过去的也不少吧？我听说也很有几个师叔最近跟于师叔走得极近，大约也是动了心思。只是雍师弟这么做对宗门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照这么发展下去，少说得有一半人投过去，到时候你说这帮人是听掌门的还是听雍师弟的呀？哼 <laughs>，师兄，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干什么？真要有这个问题，那也是师叔、师傅他们考虑的，关咱们什么事情？ 咱们干好自己的事情，闯出点业绩来，给师傅长长脸也就够了。你要真担心那些，那我就不领你去见于师叔了。哎，别介呀，我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啊？看捡日子不如撞日子，正好今天于师叔也在，一会典礼结束，你找个工夫就领我去见见于师叔，把这事说一说。<laughs> 这两个师兄弟的对话，很是代表了目前太平道诸年轻弟子的矛盾心态。 他们都是术法初见有成，原本加不得法师协会，这一身法术本事也就基本派不上什么用场的机会了。如今就算宗门重建，加入法师协会也得从底层干起，而法师协会底层法师的就业率那可是低到令人发指的呀。像太平道这般没人脉、没势力的新加入门派，能争取到几个职位来给本门弟子？ 所以雍博文提供的岗位就成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谁都不愿意放过。可是这样一来，真要到了宗门有事儿，雍博文跟掌门起了纷争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听的谁呀？听掌门的，还是听雍博文的？这可不是说笑话。如今太平道不是当初百年大战的时候了，以军法门规令行禁止，所有弟子对掌门命令无有不从。如今太平道诸之分散。 天下居多，而且分散这么多年了，重新聚集到一起，相互之间还需要一个漫长时间来磨合呢。恢复原本的光荣与秩序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算是选了掌门，在门中的威信也是有限，抵不过天大的利益啊。两个师兄弟在门品纠结暂且不提，单说雍博文携着艾丽云和余春冰进了院子。 离这典礼正实已经差不多了，太平道诸弟子都聚在院中，按着各自的支脉，一堆堆、一群群闲扯聊天也有活跃分子窜到了其他支脉的人群当中凑热闹扯淡，气氛总体还是兴奋而融洽的。最先看到英博文进来的就是靠近门口的两群人，一群是于老泽门下的弟子，一群是柳少林门下弟子，都是普通弟子。 连进去帮忙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这里等着举行典礼。于老泽门下的弟子，在于老泽做出全面投向雍博文的决定之后，除了自家买卖需要的人手之外，其他的全都被于老泽给送进雍博文公司了，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雍博文属下。只是平时他们是没有机会见到雍博文这个大老板的。虽然是同出一脉，但是他们也得从公司最底层干起来。 接触最多的不过是自己的直属上司，连于伯君都基本见不到。现在领导他们的都是以前加入公司的底层法师，相当一部分都是经过法师技术学院深造学习之后才进入公司工作的，算得上是公司真正的嫡系人马。也知道他们这些都是大老板的同门，平时呢带着也比较用心，闲下来也不摆什么架子，闲扯大屁。 更多的还是讲雍博文崛起的神话般的历程，这些传了不知道几手，早就脱了原样的故事了。让于老泽的弟子们对雍博文更加印象深刻的同时，增添了不知几分的敬畏。突然看到自家大老板大踏步走进来，这帮子聚到一处的于老泽弟子都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停下了议论，闪到一旁，参差不齐的问候。 雍总好，雍总好，雍总好。雍博文却是分不清楚这些太平道弟子里面哪些是已经是自己公司下属的了，但听人家这么问，要是再反应不过来，那可太离谱了。当下笑着回应：“啊啊、呃，各位好，你们早来了。有于老泽这帮弟子带头。” 其他的人群，就算没见过雍博文照片、影像资料的，也知道这是雍博文到了，就好像见了师长过来一般，下意识的停止了闲聊，纷纷向两侧挪动，人群便好似退去的洪水一般，哗啦啦的让开一条通道，直通向前方。雍博文这一路走过来啊，此起彼伏的“雍总好”不绝于耳，含笑着挥手点头回应，这气派啊，这劲头啊！ 倒好像是回到自家公司来视察一般。贺振光就站在前面，正带着几名亲信弟子布置法坛。重建山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起坛施法，拜祭天地先祖。太平道最重符杀之术，平时施法就是画符了事不遇大事啊，是不起法坛的。一旦起法坛，那施展的就不是一般的法术了。 而是影响范围巨大的大型法术，大部分普通弟子还处在熟悉佛法的阶段，对起坛的要求禁忌都不是十分清楚。这重建山门又关系重大，仅派几名弟子布置，刘少林实在是不放心，便安排贺振光亲自带人布置，务求尽善尽美。贺振光。 带人搭了丈二高的法台，此时正在法坛上面检查一应的器物。待会儿王老栓会代表全体太平道门徒在这里施法，差一样东西都会严重影响施法效果。尤其是今天还突然来了这么多客人，这要是关键时刻掉了链子，那整个太平道都会沦为同道的笑柄。从法坛上看上去。 雍博文好似轻舟破浪而来，站满了院子的人群，离着他老远儿就不由自主地分开一条道路。本应该与他同辈的弟子们都态度谦卑地向着他打着招呼。贺振光看着心里这个别扭啊！他为人性格强硬，最讲究长幼尊卑，也是一众太平道长辈中最看不惯雍博文事前就把手伸进宗门当中。 征召同宗师兄弟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请示师门长辈之后，由师门长辈统一安排弟子进入公司工作。可是雍博文谁都没问，就自顾自的揽人。更可恶的还是在同时拒绝了师门长辈们见面，那点心思简直就是路人皆知了。贺振光对此极为恼火。 不止一次的在同辈间的小会上表示，绝不能如此纵容雍博文继续下去。就算他是师傅的孙子，也不能毫无原则的做理他破坏宗门的规矩。一度提出要求所有弟子不得加入雍博文公司，已经加入的必须退出来，等候宗门统一安排。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贺振光还着重的点了余伯君的名字。 向于老泽要求，于伯钧立刻退出雍博文公司，为其他弟子做个表率作用。这个提议让于老泽当场火冒三丈啊！那自己家儿子好不容易爬到了雍博文集团的核心位置，那是多大的权势啊！就因为有这么个儿子，他的这个老爹也跟着沾光啊！在山东那个地界上，便是省法师协会主席看到他也得客客气气的尊称一声于老。以前他是什么呀？ 一个三流小派的掌门，本地法师协会主席看到他都不带主动打招呼的。让于伯军退出雍博文公司，这哪行啊？于老则干脆连这个消息都没告诉儿子，直截了当的在会上把贺振光的要求给堵回去了，明明白白的告诉他：啊，这事儿啊不可能，别说现在了。 就算你贺振光当了掌门，当了祭酒，也没这个权利资格要求提这个要求啊！真要逼急了，别说我于老泽不给你面子，哪怕退出宗门也在所不惜。反正这么多年来没有宗门依靠，我于老泽过得也相当不错了。没了宗门束缚，没准以后发展更好呢。这个贺振光脾气虽然火爆但是于老泽态度如此坚决强硬，甚至摆出了不惜公然分裂的架势，让他也不敢再逼迫了。 更重要的是，除了于老泽之外，那些已经有弟子加入雍博文公司的人，对这个提议也都相当的不以为然，认为自家弟子凭能力博个成绩出来不容易啊。雍博文也是本门弟子，照顾自家师兄弟有什么错了？贺振光被这帮鼠目寸光的家伙气得火冒三丈，只好让老大王老栓和老二柳少林表态。 这两个人，一个是同辈大师兄，一个是公认的军师智囊，只要一表态，抵得过其他所有人的意见。可是让贺振光失望的是，王老栓支支吾吾拿不出个意见，柳少林更是担心这样做会落人把柄，让外人传了出去，还以为他们这些人要刻意排挤雍博文呢。真要让人这样以为的话，外人不说。 自己门派内部就得先分裂了。贺振光的激进提议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无奈之下只得回去约束自己门下弟子，不准去雍博文公司。结果却让自家门下怨声载道，都觉得师傅简直是发神经，放着大好机会的不让大家把握，以后啊，只怕要被其他的各支给远远的落下。但是不管怎么样，谁也动摇不了贺振光对雍博文的警惕。 如果说王老栓、柳少林还只是担忧的话，那贺振光就是十足的对雍博文有些敌意了。此时看到雍博文一路走来，那派头啊，简直比掌门还大。嘿，贺振光不由得是气往上撞，从法坛上跳下来，挡住雍博文的去路，不客气的训斥：“博文，这是在宗门内，不是在你自己公司，收敛点不要太嚣张了。” 让外人看到成什么样子了，莫得，笑话我们太平道没有规矩。横刺里杀出位长辈来，张嘴就训，倒是让雍博文好生迷惑。呃，您是哪位？啊，他倒不是故意问，是他实实在在不知道眼前这位什么身份、什么来历啊。他拒绝了宗门这些长辈提前见面，也没有做收集这些宗门长辈个人信息的工作。 除了见过一面的王老栓和于老泽，其余人是一概不认识。贺振光却以为他是故意恶心自己，不由得一瞪眼，就想发作。这个档口，斜刺里跑来一个人，插在两个人中间，介绍：“雍、啊、师兄，这位就是贺振光，贺师叔。”雍博文抬眼一看，啊，于伯君，你来的倒是够快的呀！啊，我刚才还想叫你一起呢。 怎么也没找着你的人，没想到你却先跑来了。打完招呼，这才转过头对贺振光一拱手：“原来是贺师叔，失敬失敬。”就毫没有失敬的意思，敷衍意味十足啊。贺振光见雍博文这个态度，毫没有对长辈的敬意，更是生气，暗想：师傅他老人家一辈子最讲究长幼尊卑啊，他这孙子怎么却一点都没学到呢？ 像是幼时失姑，啊，自小缺少教养，我这个师叔少不得要多教育教育他才行啊！张嘴便要训斥，却忽然听身后有人说话：“贺师弟，大喜的日子少说两句吧。”贺振光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自家大师兄王老栓赶出来了，便样样的闭嘴，闪到一旁了。王老栓走过来，上下打量英博文几眼，眼中含泪呀、啊。 哎呀，那日我看你长得更像是师傅，只是当时情况不明，不敢相认。雍师之不要介意啊。于伯君又要介绍，雍博文却摆了摆手：“王师伯，这事儿怨不得你。太平道树敌众多，情况不明，谁也不敢乱相认。要说有过错，真正有过错的是现在我在法师协会注册的出身门派，还是天师北派。” 连自家出身门派都不敢公之于众，实在是有愧于心啊！王老栓听雍博文说的是情真意切，而且态度诚恳，心下便是一松，觉得师父这个孙子也不是那么不懂事儿、不讲道理的角色。想到柳少林的叮嘱，便说道：“啊，你这典礼还有一段时间，到里面坐一坐吧。你的其他师叔伯都想见一见你。”说着话，把雍博文往屋里让。 王师伯，你太客气了。这里可是我的老家，虽然小时候就离开了，但也回来过几次。怎么往屋里走，倒也认得。王老栓神情便是一致，觉得雍博文很有些讽刺他们这些人却占鸠巢的意思。是啊，这里再怎么说也是雍家老宅呀。他们虽然是雍汉生的弟子，但房子是雍家的，不是太平道的。他们之前来问都不问一声，就占了宅子来用。 说到底还是没有把雍博文这个雍汉生的直系子孙放在心上。雍博文大步的往屋里走，于春冰还想跟着进去，艾丽云赶紧扯了他一把、哎：“这是太平道内部的事情，没看人家要搞闭门会吗？我们不能跟着进去了。”“什么闭门会啊？我看他们根本就是想合起伙来搞老雍。我们要是不进去，老雍被他们欺负了怎么办、啊？”“你想什么呢？” 如今小文是什么样的人物？谁敢欺负他呀？谁又能欺负他呀？真要有人想欺负他的话呀，就算咱们两个不管，集团数千员工、上百万军队也不答应。有些人得仔细考虑考虑。两个人对话的时候，王老栓还没来得及跟雍博文往里走呢，两人的声音也没有刻意压低，不仅身边几个太平道弟子都听到了，王老栓也听得清清楚楚，下意识的。 停下脚步，扭头看了艾丽云和于春兵两个人一眼。艾丽云冲着王老栓微笑着点头，对着身边太平道弟子：“带我们两个去宾馆休息的房间吧。”那弟子看了王老栓一眼之后，这才领着两人进了宾客休息间。一进门，就见着百多号人呢，都已经坐在屋里了，三五成群聚的东一堆西一群。 啊，各自闲聊，而居正中坐的正是协会主席冯增祥和理事长顾锡江。再细细一扫，哎呦，好家伙，啊，在座的起码都是个脸熟啊，想来都是常来常往的，基本上是协会主要职务都来了。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 第六百八十七章，不说艾丽云和余春兵，单说雍博文。进了屋子也不用人领，自然而然的拐进了左手间。这本来是一间卧室，正常不过十多平米的面积，但激活了法阵之后，扩展到近百平米。进了房间就可以看到正中央空荡荡的摆了一圈椅。 已经坐满了人了，只空着上手的两个座位和最下手。雍博文冲着在座众人拱了拱手，见过各位师叔师伯，很自然地坐到了最下手的那个位置上。在座的都是他的长辈，能有他的座位已经很不错了，自然不可能把最上手的位置留给他。那个明显是留给王老栓和贺振光的。 雍博文虽然行事果断、嚣张，但从来不把嚣张用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但是在座众人虽然也收集了雍博文的资料，对他的本人的性情啊，终究没有直接的了解。见他自动自觉地坐在了下手位置上，都不由得松了口气。王老栓与贺振光很快赶了进来，见雍博文已经自顾自地坐下了，也没说什么，走到上手位置上坐下。 王老栓冲着旁边的柳少林轻轻摇了摇头。柳少林本来是陪着来访宾客的，但听说雍博文到了，便临时组织了这么个闭门会，向冯增强等宾客告了罪，赶过来参加会议。见王老栓摇头，不由得觉得有些棘手。他刚刚让王老栓借机试探一下雍博文此来的态度。 王老栓摇头，就表示雍博文不是抱着什么平和态度来的。但事到临头，也不可能龟缩回去啊！刘少林站起来，先跟雍博文见了礼，让他知道自己是他的二师伯之后，逐次向雍博文介绍在座的众人，那、啊、都是雍汉生的弟子，也就是雍博文的长辈。雍博文倒是客客气气的站起来，对着每个人都指了恭敬的弟子礼。 神态不卑不亢，举止从容，倒让在座众人都平生了几分好感。介绍完了，众人坐到一处，又一起回顾了一下当年在雍汉生手下学习生活的场景，算是先跟雍博文套套近乎。闲话扯了一大片之后，刘少林觉得火候气氛差不多了，这才说：“雍是指啊。” 我们这次集中回来，主要是应了师傅，也就是你的祖父的遗命，准备重建太平道山门。在这次典礼上，选出新的掌门和四大祭酒、各方渠帅、各级护法。待以后宗门重新发展壮大了，再选拔任用，也就是、啊。你看啊，我们之前呢，例会商讨了几次，拿出的初步意见就是以大师兄为掌门。 我贺师弟、王师弟和崔师弟四人为四大祭酒，你觉得这么办怎么样？按理说，雍博文一介晚辈，就算是雍汉生的孙子，在门派事务上也得听长辈安排，咨询他意见委实没什么先例和道理。但这事儿你不问雍博文还真不行，他现在就已经拉了不知多少人过去了。如果真对这个安排表示不满而想闹事儿的话， 足以把这次重要的典礼搅成一锅烂粥了，所以这个闭门会的意义就在于要在正式典礼之前，先把雍博文的态度摸清，再把一些能定死的事情定死，以防不测。听到柳少林如此低声下气的询问，雍博文笑了笑，站起身，诚恳地说：“各位师伯师叔，宗门的事情我是不太懂的，本来你们的安排我也没有资格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不过有句话，我确是不吐不快，实在想说出来。你们是不是太急切了？急切有很多同意的解释啊，可以是迫切、急迫、紧迫，还可以是仓促、匆忙，也可以解释成焦急、迫不及待等等啊，全看使用的环境。 但是雍博文在这里使用了急切的词儿，却明显带着丝嘲讽意味，似乎在指斥王老栓等人急不可待地瓜分宗门的位置，一心只想为自己捞取好处。这个帽子扣的可就严重了、啊。尤其是在各支刚刚回归，相互之间存在了生疏顾忌的时候，如果一旦坐实了，很可能在第一时间就造成宗门。 实质性的分离，就算能勉强的弥补，产生的裂缝也不能够真正抹平。贺振光是看不惯雍博文做摆，喝道：“洪世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重建宗门哎错了不成啊？难道重建宗门不是师傅的愿望？要不然的话，师傅为什么留命让我们此时回归啊？”柳少林也有些不高兴。 觉得雍博文实在是有些不知进退的长幼，这话也是他这么个晚辈能说的吗？雍师侄，有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对我们回来之后没有第一时间联系你而感到不满？但重建宗门是同等大事，而且我们之前毕竟对你没有了解，也不确定你的身份，总归得先侧面暗中了解一下。 以免认错人，惹得别人笑话。重建宗门未见得有错，至于是不是爷爷的愿望，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爷爷生前最后的愿望应该是复仇，而不是什么重建山门。所以他只身闯纽约，杀入大联盟的海外总部，杀得大联盟破胆，杀得法师委员会色变。直到如今，他的尸骸还下落不明，没能赢回安葬。 而大联盟各家依然好端端的在海外逍遥自在。爷爷虽然杀尽了直接动手的仇敌，但那些幕后策划的元凶还在逍遥法外。而现在呢，他的弟子们回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寻着他寻回他的遗骸，不是想着彻底终结仇敌，就是偷偷摸摸,摸的重建山门，迫不及待的瓜分宗门这点权利。各位师伯师叔。时 宫博文环顾四周，却见在座众人呢、啊，神情复杂，有愤怒的，有恼火的，有羞愧的，不一而终。便拱了拱手，抱住了最后一句话：“闭起门来自称大王，可是很快意。”这个重建山门的大典，我就不参加了。各位师伯师叔，放心，我也没兴趣跟你们争权夺利，我的事情很多。 不管参不参加这个大典，或是不管重不重建这个山门，我都是太平道的弟子传人，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不是？林博文向着众人拱拱手：“各位师叔师伯，忙吧，我就不打搅你们的好梦了。不过呢，有件事情要向各位通报一下，我正在筹备力量，准备解决海外大联盟的问题，解决东欧问题之后，就会着手进行。” 如果哪位对此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说完，转身走出房间。房间中变得一片沉寂。静。于老则突然站起来了。雍时直说的没错、啊，这大点什么的委实没什么味道。师傅他老人家看着我们这么没出息，大约也不会高兴。各位师兄师弟，空话套话我也不会说什么，但就好像雍时直说的那样。 不参加大典，我也是太平道的弟子，也是师傅的徒弟。这大典我们这一支就不参加了。若是去对付大联盟，算我一份说完，头也不回的出了房间。要说于老泽真心被雍博文这一席话说动了心思，或许有一部分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于老泽如今跟雍博文集团联系紧密，利益相关。 不仅儿子于伯钧现在在雍博文手下任职，自家小门派的产业也同样紧紧捆绑在了雍博文的战车上，而且因着同门和儿子的关系，还得到了相当大的优惠照顾。这种情况下，既然雍博文已经表明了态度，于老泽结合自己的屁股，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站在雍博文这边，表示出坚定的支持。 这种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摇摆不定、两面三刀，谁也不想得罪的结果就是把所有人都得罪精光了。看到于老则表明态度，便有人接二连三站起来说两句话之后便往外走，都是表示不参加大典了啊，但是愿意参加复仇行动。这些人多数都是门下弟子，又多有加入雍博文公司的。 这是个绝好晾屁股的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惭愧呀、啊！王老栓终于长叹一声。柳少林本来就被这一波人退出典礼给闹得心神不定，听到王老栓叹息，吓了一跳。师兄，你可不能退出啊！你要是退出的话，那这典礼可就彻底黄了。我承认，雍师直说的有道理。 但如今这重建山门的大典，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这要是没等开就黄了，不是一人笑柄吗？我们太平道会沦为所有同道的笑柄。典礼还是要举行的，重建山门才能名正言顺的加入法师协会，回归书法界主流。可是这掌门祭酒的推选，我看还是稍稍推迟吧。 至少等寻回师傅的遗体，彻底消灭贼心不死的大联盟各家之后，再谈这一步，你看怎么样？哎呀，师兄，蛇无头不行啊！要是不选出掌门，宗门之下一盘散沙，连个主事儿的人都没有，这这还怎么做其他的事情呢？总不能什么事情都慢慢商量着来吧？现在大家都。 独自发展，都这么多年了，应该都各有一摊事业，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利益。真要什么事情都商量着来，一年也商量不完一件事情。只有把制度规章都重新建起来，有了新的领头人，才好集中力量来办事情。二师兄，你这话就差了。如今雍博文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又公开表明不参加这个典礼，不管举不举行。 咱们这个典礼也和笑话差不多了。哎呀，你们呐、啊，关键时刻怎么就看不透呢？雍博文这话一传开，咱们要是还一意孤行这么搞，让其他弟子怎么看？重建山门大典还要继续，但是掌门祭酒的推选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搞了。你们真要搞，那不要算我，我让贤好了，不当这个掌门。雍博文出了会议用。的。 房间直奔宾客休息来参加典礼的宾客都坐在这闲聊呢。艾丽云和于春冰两个也坐在这休息。一大帮子女法师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把两个人围在中间，是陪着笑，说着笑，闲谈。啊，不是说男法师们就不想借这个机会上来献下殷勤，只是男女有别，万一凑上来太过殷勤。 被人误会别有用心，那不就悲剧？所以尽管急的是抓心挠肝，男性法师们依旧一个个正襟危坐，很端正的、小声的相互交谈。那些带了女弟子，或是自身就代表女法师的，自然就得意了；没带女弟子来的，都后悔的直拍大腿呀、啊！哎呦喂！ 早知道就把派里最会来事说话的女弟子带来了。雍博文一进门，一屋子被活纷纷带着讨好的微笑打招呼。雍博文一面逐一的回应，一面向艾丽云、于春冰示意：“招呼了出来。”艾丽云和于春冰不明所以，但这次来主要是帮雍博文解决家务事。 一切都由他拿主意，便站起来往外走。在座宾客都是心里有些没底。艾丽云和于春冰跟雍博文关系再密切，但是参加太平道的重建山门典礼，用的也是门派身份，正经的代表龙虎山和茅山派。如今这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雍博文突然站到门口招呼两人，一副要离开的架势。 难不成雍大天师跟太平道诸人没谈妥啊？或是有什么矛盾？只打算露一面，尽尽心意，没有参加典礼的想法。哎呦，真要这样的话，那大家伙的这个马屁可就不知道拍到马腿上去了，也不知道雍大天师会不会不高兴啊！想及此，众人便下意识的望向冯增祥。大家伙可都听说呀、啊，他跑来参加典礼，这才跟着过来呢。 还不是看中他审时度势，或者说是投机战队的本事。他不会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把大家伙都坑进去吧？正都在忐忑呢，就见英博文又向着冯增强招了招手，于是法师协会的冯大主席便屁颠屁颠一溜小跑过去，低声问：“冯总，有什么指示？”老冯。 帮我个小忙，等太平道完成申请入会的手续之后，就把我注册的出身门派改成太平道吧。本来是想单独再联系你，但正好在这碰上了，就不麻烦那二遍事儿了。雍博文就像吩咐自家公司员工一样随便说：“我时间很赶，马上乘机返回东欧，我不参加一会儿的典礼。你在这里多帮衬一下。再怎么说，我的出身门派申请入会的流程手续，也都。” 就帮着指点指点。冯增祥小意的听完，见雍博文没有其他指示了，啊，雍总，你放心去办吧，这里有我，你一切放心。完成注册之后，也不用急着给什么特殊照顾。太平道想重新起来，终究还是得靠自己，总指望别人帮不上忙。呃，协会方面也不用安排他们的人人任职在理事会。 那边留个常任理事的位置给他们，就于老泽吧。哎，知道了，回头我转达一下老顾。冯增强虽然回答的毫不迟疑，但心下却有些嘀咕：于老泽是山东的注册法师，就算是重建山门之后，更改注册门派归宗太平道，但那也是在山东那边改，他还得算是山东法师。一个门派法师加入好几个省级法师协会的例子。 多不胜数，倒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想让一个山东法师当春城法师协会的常任理事，这事可安排的有些必须得先让于老泽从山东法师协会转到春城法师协会才行啊。只是等到太平道完成注册申请，于老泽和雍博文都改了注册出身门派，这关系可就太打眼醒目了。更何况于老泽还有个儿子在雍博文公司独当一面。 实实在在的核心员工，山东那边怎么可能舍得把于老泽这个同雍博文攀上关系的大好机会放走呢？可是既然老板安排了，那再难的事情也得去办呢。尤其是答应的时候，更不能推三阻四，让老板心里不痛快、啊。到时候就算事情办成了，给老板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你最开始时候推三阻四的样子，而不是你辛辛苦苦把事情办成。 雍博文点了点头，领着艾丽云和于春兵转头离开。冯增祥则神情淡定地回到了原本座位上。一堆离得近的人便立刻凑上来，七嘴八舌问：“怎么样，雍总怎么个解释啊,啊？”“是啊，雍总什么指示啊？”“该参加典礼就参加典礼，人都来了，不参加典礼就走，但结仇是怎么着？”“雍总让我安排一下给他们注册门派的事情。” 没有别的事情，都回去等着典礼开始吧。打发完了其他人，冯增强这才把刚刚雍博文安排于老泽的事情同顾西江讲。顾西江没有对这事发表意见，这是必须要做的，也没有什么意见需要发表，只是淡淡的说、嗯：“看起来雍总与这些同门的关系不是很密切。” 哎，再不密切不和谐，也是人家门派内部的事情。我们终究是外人，该捧的场得捧着，该做的照顾得做着，不然的话，让雍总怎么想啊？让人太平道的人怎么看雍总啊？雍博文领着艾丽云和于春冰出了宾客休息间儿，看到于老泽等人也从会议房间走。 而王老栓从房门往外走，便走到王老栓身前。大师伯，刚刚我走的匆忙，有件事忘记说了。我已经安排人在市里做房屋过户手续了，把这老宅的名字过到你的名下，就算是我恭贺山门重建的一点心意。王老栓也不虚头巴脑的推脱，只点头。难为您了，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不争气呀、啊。你这就走了？ 东欧那边事情还有事情没处理完，我得立刻赶回去处置，就不多留了。我送送你吧。王老栓便在一众弟子诧异的目光中，带着于老泽一众离开会议室的人，一直把雍博文重新送到大门口。雍博文郑重的向王老栓等人告辞，这才转身领着艾丽云和于纯兵上了车。 于纯兵憋了一路啊，一上车就迫不及待的问：“老雍怎么样？他们挤兑了你还是怎么了？你怎么连典礼都不参加就走了？那也太没面子了！”哎，我们杀个回马枪，把他们典礼搞黄的。英博文笑了笑，把刚刚在会议室里那番话讲了一遍：“你想让他们帮忙给你爷爷复仇？你自己的力量足够扫平大联盟了，还用得着他们？” 艾丽云却是比于春冰想的深。你想借刀杀人，这个不太好吧？他们怎么说也是你的同宗前辈啊！<laughs> 你们想什么呢？你们两个，我哪来那么多心思？啊？雍家的仇人已经被爷爷杀得精光了，根本用不着我去报仇。不过大联盟终究是太平道的敌人，丁家一直贼心不死，想返回国内，太平道与大联盟必有一战。 太平道百战立派，千年的威风都是打出来的。这次重建山门却搞得偷偷摸摸，太小家子气。真要想重建山门，不能只靠一场小小的典礼，还有一场战斗，用敌人的鲜血来洗礼，才能完成真正的重建，让太平道的声威真正的重振。我只是给他们这样一个现成的机会罢了。当然了。 大联盟不处置了，终究后患无穷。有这样一个机会，自然不能客气。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八十八章，不管最根本的目的何在。 但云博文直接的用意指向就是再明显不过了，他就是看不起这些偷偷摸摸回来、偷偷摸摸搞山门重建的所谓的同曾前辈。雍汉生一辈子英雄好汉，死也死得轰轰烈烈。太平道扯旗苦战百年，牺牲精英无数，便是放到今天，无论谁谈论起来，都得竖起大拇指称赞一声：真英雄，好汉子。 像这样一个门派，他的回归理应同样轰轰烈烈，同样志气昂扬，一如百年前松岩道人面对教廷和巫师工会的联军入侵时，大义扯旗，一招便轰传天下一样，而绝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悄默声息，好像做贼一般，生怕外人知道一样。林博文想，这不应该是爷爷愿意见的。 也不应该是属于太平道。既然你们没有胆量搞得轰轰烈烈，那我就推你们一把，逼得你们这么去做。大联盟是太平道的试金石。如果连这个当年被杀的破胆逃亡，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的老对手都没有勇气去面对的话，那还谈什么重建太平道啊？谈什么恢复往日荣光啊？啊，赶紧回家都搂老婆啊！ 好，老婆孩子热炕头，抱孩子去，继续过着以前那种隐姓埋名的日子吧。太平道不需要这样的重建，也不需要这种没有勇气骨气的弟子。不过，雍博文不参加典礼的借口，却也不是瞎编的，而是确确实实,实的真实情况。就在赶往老宅的前一刻，他接到了来自东欧的消息。 李瑞留步，与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联军成功克服维尔纽斯，正式宣告了异种联盟大规模为祸东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场战斗进行的比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异种联盟本就是各类妖魔的一个联合体，各妖魔种族之间本身就是矛盾重重，能够联合到一起作战。 一方面是面对法师协会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是靠着联盟高层的一致弹压，才能压下重重的矛盾，勉强联合作战。当雍博文成功实现了斩首作战之后，一种联盟内部矛盾失去了来自上层的弹压，便逐步的爆发出来。当五万余妖魔坐困于维尔纽斯，突围无望，日渐绝望的情况下。 各种过往的矛盾呐、啊、冲突啊，因这小的引子便爆发出来了。妖魔们无视近在咫尺的人类大军，在市区内相互的攻伐杀戮，导致维尔纽斯市和市燃烧。刚刚完成围城部署的联军见城内突起大火，冲突激烈，在李瑞流的坚持下，果断出击，趁夜攻入维尔纽斯市区。 对市区内相互攻坚的妖魔军部，展开了血腥的屠杀镇压。李瑞留部在控制局面之后，便退出市区，主要负责封锁各个交通要道，以免大股妖军啊逃离。在东欧法师协会作战法师部队呢，则负责清剿作战，他们对异种联盟是怀有刻骨仇恨呢、啊，一朝得势便毫不留情。 不接受任何妖魔军队的投降，只有唯一的杀戮。至天明时，被困维尔纽斯的五万余妖军，仅存五千余数，龟缩在市区的一角，借助地利，拼死顽抗。一夜的杀戮，十不存一，可谓血腥到残酷到极点。残存顽抗的妖魔军，借着地势之便。 给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这时才想起了招降这一招，但是他们之前一夜的无情杀戮已经极大的伤害了信誉。妖魔军拒不投降，打定了主意玉石俱焚。 缺少重型的攻坚武器的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向市交的李瑞流部提出助战请求。李瑞流担心夜长梦多，使战事出现反复，耽误英博文在短时间之内进入维尔纽斯的打算。接到助战请求，便欣然同意，带着作战傀儡部队进城作战。一以贯之的以重炮洗地。 花了半天时间，直接将妖魔军负隅顽抗的地区尽数轰为瓦砾，然后才带着部队进入该地区清扫残存的妖魔。第一次直面李瑞流部猛烈炮击作战方式的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竟然害。人。待李瑞流率部完成了清剿归来的时候，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诸将。 你是无人敢于直视你。维纽斯的克服标志着异种联盟在东欧地区的彻底溃败。他们手中再也没有足够分量的大型城市，意味着从此东欧大规模战事的正式结束。接下来就是还将继续持续多年的清剿治安战，那就不需要外来势力，仅靠着东欧法师协会自己的作战部队就可以执行。 为了庆祝这个重要时刻，东欧法师协会驻高层准备举行一个热热闹闹的进城仪式。不过，在那之前，海默布鲁克斯却是先悄然的进城。维尔纽斯的最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异种联盟所控制的最后一个大型城市，而是整个东欧战事的起因的原始所在地，那个可以通往天堂的。 秘密通道就在维尔纽斯市中。对于这个通道，各方势力均是虎视眈眈已久。而雍博文提出的要求，也不过是先接触一下这个通道。无论把这个通道单独提供给哪一方，都将得罪其他势力，而这是百废待兴的东欧地区所无法承受的。所以，海默布鲁克斯在犹豫良久之后，决定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向各方势力公开这个秘密通道，但在此之前，海默布鲁克斯还是准备让雍博文提前优于所有其他势力先行接触这个通道，以实现自己之前的许诺。向雍博文通报维维纽斯克夫，正是海默布鲁克斯亲自打的电话。在电话中，海默布鲁克斯坦诚地讲了自己准备向各方势力公开天堂秘密通道的打算。 首先，请雍博文谅解，然后才提出希望雍博文可以尽快赶到维尔纽斯，以优先对这个秘密通道进行接触。这是他实现诺言的唯一方法。当然了，为了对此进行弥补，海默布鲁克斯在电话中初步承诺，在接下来的东欧地区重建工作中，会着重与中方机构公司进行合作，各种物资设备的采购啊，在同等条件下也会优先考虑中方。 为弥补中国法师对东欧战事做出的巨大贡献，雍博文很理解海默布鲁克斯的苦衷。接到电话之后，便决定立即返回东欧。在赶往老宅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航班了。离开了雍家老宅之后，便直奔机场。一行人乘包机离开春城，直奔维尔纽斯。因为战争刚刚结束。 全城范围内的清剿仍在持续地进行。为了确保安全，雍博文一行人所乘专机抵达维尔纽斯机场前，李瑞流亲自带队，将整个机场及四周进行了反复拉网式的排查，哪怕是一只蚂蚁稍有嫌疑，都要把整个蚂蚁窝端掉。东欧法师协会接到了雍博文抵达维尔纽斯的消息之后，也曾主动请求配合清理。 但是却被李瑞流婉言谢绝了。东欧法师协会与一种联盟交战多年，各种内奸层出不穷。李瑞流对东欧法师协会抱有极大的怀疑，宁可所有工作都自己亲自做，也不想让他们插手其中。那样的话，风险性太大了。雍博文走出机舱门，就看到了机场内外被清理一空。 除了他们这一架飞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一架飞机。接机的车队停在了跑道的尽头，而跑道两侧站满了武装到牙齿的作战傀儡。天上有高空侦察及作战飞行傀儡盘旋，这防护安全措施啊，简直连只蚊子都别想飞进去。李瑞流亲自接机，同行的还有海默布鲁克斯的特别代表。 不过没有法师协会的官方人员。天空正飘着细雨，微风拂过，带着丝丝的冷意。雍博文翻起衣领，接过艾丽云递过来的雨伞，撑伞走下舷梯。站在舷梯下方等候的李瑞流迎上前与伯，与雍博文握手：“雍总，一路辛苦了。”雍博文在李瑞流的引导下向专车走去，介绍一下情况吧。 我已经于昨日面见布鲁克斯先生，对其他要求清理的地区提前进行了深入式的清理排查，可以百分之百确保安全。布鲁克斯先生已经先行前往该地区等候了。李瑞流说着，冲着身后的海默布鲁克斯的代表示意。特别代表是个瘦弱的年轻法师，戴着副金丝边眼镜，像秘书多过法师。 看到李瑞流的示意，便小跑两步赶上雍博文，压低声音：“布鲁克斯先生希望雍总下机之后就直接奔赴预定地点。自从克服维维纽斯之后，来自各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布鲁克斯先生，呃，担心拖延久了被外人知道你已经赶到了维维纽斯，会节外生枝，所以安排的急促一些，还请雍总见谅。我能理解，只要布鲁克斯先生。” 那边安排好，我这边没有任何问题。雍博文也想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布鲁克斯的安排正合他的心意。欧美诸强对位于维尔纽斯的天堂偷渡秘密通道虎视眈眈了数十年，谁都想争个最早接触一个先手，绝不会容许别人比自己抢先接触。而雍博文这个异教徒。 将后来插一杠子的家伙，更是不能接受。一旦让欧美诸强知道了这件事情，必然横生枝节。雍博文虽然对自己实力比较自信，但是在他已经把准备应对大联盟的事情提上日程的情况下，还不想同欧美诸强发生正面冲突，以免增加行动的阻力。雍博文一行人上了车，在一大队的作战傀儡的护卫之下。 直奔维尔纽斯市内。维尔纽斯被异种联盟肆虐了数十年，早已经没有人烟了，变成了一座十足的妖魔之城。而东欧法师协会的作战部队进城之后，又是大规模的屠杀，把妖魔杀得精光。而后，李瑞流为了迎接雍博文的到来，把沿途进行了掘地三尺式的排查。 以至于雍博文车队所经过的地区尽是一片瓦砾废墟。一台台巨大的恶鬼傀儡作战傀儡，每隔百米站立一台，布满了沿途所经过的道路的两侧。方圆数百米范围之内被完全清场，连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都不允许接近。车队一路穿过了新城区，进入了旧城区。 当看到格金明纳斯红色八角形古堡的时候，也就抵达了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圣安娜大教堂。圣安娜大教堂是维纽斯最具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在异种联盟入侵之前，一度是教廷在波罗的海三国权力的中枢所在。 一种联盟大举入侵立陶宛之后，教廷势力完全撤出该地区。一种联盟妖魔们却没对这些宗教的建筑进行有意识的破坏，只是不再允许统治地区的人类进入这个场所罢了。圣安娜大教堂为此荒废了数十年，已经颓败的不成样子，门窗破碎，野草丛生，看起来格外的荒凉。 不过，眼下的圣安娜大教堂绝对跟“荒凉”这个词儿一点也不沾边教堂里外周围站满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法师，有东欧法师协会的，有雍博文集团的，重叠而立，既警惕可能的妖魔袭击，又相互监视，以防不测。雍博文安排艾丽云和于春兵都在外边等，这让于春兵和艾丽云都大为不满。 可是，在这种时候，却也知道不是耍性子的好时机，只能乖乖地听从安排。而雍博文，则在潘汉义和十余个广阳派精英弟子的陪同之下，随同特使进入教堂。教堂内也站满了警戒的法师。海默布鲁克斯独自地站在了最前方的台阶下。 负手仰望着挂在墙壁上的十字架，看到雍博文到来，便对雍博文说：“这里曾经是教廷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统治中心，可是他们占据了圣安娜教堂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发现这其中隐藏的秘密。直到那个叫约利尔·西格的法师进入教堂，受当地主教的委托，进行一次危险的炼金合成。” 才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通道。不得不说的是，约利尔·西格虽然是个炼金术士，却也是一名虔诚的教徒。他被自己的发现完全吓倒了，认为那是对主最大的亵渎，一直到死都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这个秘密。不过，他把这个秘密记录在了自己在炼金笔记里。 在临死前，他曾想烧掉这个笔记，但这个笔记却被他的一个学徒给偷了出来，于是这个秘密才得以流传开来。雍大庭士，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所谓的约里尔综合症，实际上就是打开这条通往天堂的私密通道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想通过这条通道进入天堂。 就必须满足看守通道天使提出的要求，并献祭自己，作为一名虔诚信徒的灵魂与肉体。雍伯文学着海默布鲁克斯的样子仰望那个巨大的十字架。我听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条通道进入天堂，哪怕不是信徒，是吗？是，的，任何人。 哪怕是异教徒，只要满足了看守天使的要求，都可以从此进入天堂。所以这条通道才会被认为是邪恶的亵渎。我虽然不信这个教派，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依然觉得不寒而栗。如果天堂也可以如此随意进出的话，那世间还有何信仰可言？龙大天是。 你做好接纳这个事实的准备了吗？你将见到天使和一条异教徒也可以走通的亵渎通道。布鲁克斯先生，你觉得作为一个被上帝遗忘的异教徒的一员，我会对于这种事情感到难以接受吗？海默·布鲁克斯深深地凝望着中博文，良久方才说：“老实说。” 在这一刻，我有些后悔答应让你接触这条通道。在你的眼里，我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敬畏。让你接触这条通道，或许将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大错误的决定。你可以反悔的。海默布鲁克斯摇了摇头，缓缓地抬起手，徐徐地按下那个巨大的十字架。十字架开始旋转，最终。 倒立起来，下方的墙壁上打开了一道小门海默布鲁克斯当先弯腰钻进了那个低矮的小门。潘汉一拦了雍博文一下，抢先钻了进去。稍待片刻，伸手招了招雍博文，这才跟着。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八十九章，虽然入口低矮，但是门后的通道却是相当宽敞，四五个人并排直立而行不成问题。通道幽深黑暗，没有一丝光亮。海默布鲁克斯在墙壁上。 摘下一只火把，点燃之后，先行领路，引着两个人向通道的深处走去。通道是盘旋向下的，略有些潮湿，安静幽暗。三人走在其中，只有轻轻的脚步声在不停地回荡。火把的光芒仅能照亮身前身后不大的地方。 让人有一种走在永恒无边黑暗中的错觉。走了大约三十多分钟的样子，深入不知地下多远，前方弯角后隐隐映出暗红色的光转过这个弯角，视线突兀的亮了起来，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宽大的正方形的大厅。正对着入口的墙壁上有一扇紧闭的。 巨大的青铜色的门，这青铜门约错在三十米高下，巨大的无怨，两扇门板上满是大大小小天使的浮雕，还有头罩光环的神人，看起来啊似乎是在述说着某种宗教故事，可惜雍博文对教廷的故事不太了解啊，看得不太真亮了。 这巨大的青铜门的视觉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以至于雍博文看了好一会儿，才把注意力移动开来，打量整个大厅的情况。大厅的四壁上插着密密的火把，将整个大厅照得通亮。这个面积保守估计在千余平米的地下大厅的地上满是累累的白骨，残破不堪。 秘密铺了一层，几乎让人无处下脚。空气中弥漫着异样的腐臭的味道。可是转进这个弯角之前，就是一丁点儿的类似的味道也没有闻到。白骨在火把的照应下，闪着绿莹莹的光点，使得整个大厅都充满阴森的味道。大厅的中央有一个浅浅的池子。 池子里竖立着一个巨大的倒十字架，通体乌黑，隐约可见粘稠的污浊的痕迹沾满了整个倒十字架。现在，十字架上倒挂着一个形象狰狞的双头妖魔，两名法师站在池子边上守候着。看到海姆布鲁克斯带着雍博文和潘汉义走进来，同时鞠躬行礼。 海默布鲁克斯低声说：“想要打开这条亵渎通道，首先就必须在这个道十字架上献祭生命，让热血淋满整个十字架，同时虔诚的许下誓言，愿意用灵魂与生命为代价祈求门户打开，并保证践行一切约言。”雍博文皱着眉头，虽然了解不多。 但我记得，倒十字架这种东西应该是魔鬼的象征吧？听说堕落地狱最底层的天使们身上都会有这种标志。路西法在被打入地狱最底层之前就已经背叛了上帝，可他依然在天堂留存了许久，直到最后向上帝的威权发起挑战，才自天堂贬落地狱。他是德鲁伊教团的法师，不信上帝。 但是不代表不会对上帝所代表的天堂力量表示敬畏，而这条通道的出现，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上帝对天堂的掌握已经出现了极大的松动否则，号称全知全能的他，又怎么可能会允许在人间出现这样一条通道呢？你认为这条通道是隐身在天堂的堕落天使搞出来的吗？只怕未必啊。 大天使阁下，你是想说这条通道是上帝的旨意吗？这怎么可能？海默布鲁克斯很难赞同幽默文的猜测。我只是猜有这种可能。我掌握了一些信息，不过具体怎么回事，还得跟这门的天使谈一谈才行。开门吧，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了。海默布鲁克斯挥了挥手。 站在池子边的一名法师抽出短刀，走在倒挂着的双头妖魔前，利索地割开了妖魔的血管。妖魔嚎叫着，扭曲着，挣扎着，浓黑的鲜血渐渐地溅满了整个倒十字架。池边的两名法师跪在地上，双手握在一起，默默地、虔诚地祈祷。 鲜血顺着十字架流了下来，渐渐的淌满了整个池子的底部。几乎就在同时，那紧闭的青铜大门的门缝上闪过了一道道血红的光芒，光芒渐渐的变粗，门缝越来越大，大门在无声无息之间缓缓的打开。 血红色的光芒变成了白色，刺眼的纯白光芒自大门的后方射了出来，映得人睁目如芒海摩布鲁克斯掏出两副墨镜，递给雍博文和潘汉义。虽然有墨镜遮光，但是依然看不清楚门后的情况，只能看到那青铜大门在白光之中完全的打开，一个巨大的带着翅膀的身影闪现在白光之中。 打开此门者，必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灵与肉，尽皆不容于人间。如同雷鸣一般的声音在空中炸响回荡，带来的是巨大的恐惧的威胁。一线乌黑的光芒在苍茫的白色中突兀的乍起，射入那两个拜倒、祈祷的法师的头顶。 两个法师发出痛苦的闷哼。凡人，你们已经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说出你们的愿望。两个法师伏在地上，不敢抬头，也不敢说话。虽然奉献生命的是他们，但真正要与降临天使会谈的，还轮不到他们出场。 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地位与那倒挂在十字架上的妖魔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打开这扇大门令天使降临的牺牲品吧。阿廷师，你有三十分钟的时间，天使只会在人间逗留这么久。海摩布鲁克斯叮嘱了一句，轻轻一招手，转身顺着原路离开。那两名伏地的法师就好像被无形的线牵扯着一般。 轻飘飘的离开地面，随着他一并离开。无论雍博文要与天使谈什么，海默布鲁克斯都不想知道，或者说不敢知道。雍博文仰视着天使，光芒太强，完全看不清楚天使的样子，只能看到那巨大的身影的轮廓。他向着天使伸出右手，摊开掌心，扬声说：“我要与你们做笔交易。” 一笔大交易，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感兴趣？雍博文的掌心里是一只黑色的尖角，虽然在强烈的光芒的照映下依旧乌黑一团，没有半丝的光泽，仿佛它本身就是永远不会被光明照亮的黑暗一般。这是来自十轮转结，十轮金刚身上的部件。雍博文自外域位面生擒十轮金刚的时候。 借着广阳派的法宝，将其带回人间，单构建了一个简单电脑游戏空间，对其存放，并持续的深入研究。单从基本概念来说啊，时轮金刚也属于一种傀儡，但比之雍博文集团目前所使用的恶鬼傀儡，高级出了不知道几千几万光年的距离去了。如果非要比较的话， 雍博文手头的正牌黄金力士构造图所体现出来的黄金力士，或许能够勉强的比上一比，但是较之十轮金刚还是远远不如。对十轮金刚的研究，让雍博文和物华派合作的傀儡研究机构获益良多。结合正牌黄金力士构造图纸吸收兼容，目前已经开发出了新一代作战傀儡的样板机型。 在各项相关法术和技术上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经过开机多次试验之后，已经确认稳定，正准备投入批量生产呢。但是问题是，这种新型的作战傀儡虽然不能与十轮金刚或是正牌的黄金力士相提并论，但威力也是极为巨大的，制造费用较高，公司内部。 是否对制造这一型号的作战傀儡意见分歧较大？反对者认为，公司目前的武力已经足以应付相关所需了，完全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制造这种无用武之地的新型作战傀儡。事实上，若不是雍博文的一意坚持，连相关的研究项目都会被腰斩下马。如果想让这个项目继续下去， 那就要为其寻找到相应的使用方向与渠道，并获取足够的利益，这就是雍博文想要见天使的目的之一。从外遇的经历和广阳派出得来的消息，雍博文可以确认，十轮天魔所掀起的这场战争，规模空间席卷了无数个位面，不知道多少位面世界都如同仙界一般，苦苦抵抗着来自十轮天魔的侵略。 为这场战争支付了巨大的代价，资源与人力的损失无法弥补。人间因为所处的位置尚未卷入到这场战争之中，丰厚的人力资源就成了能够连通人间的各位面的第一选择。所以仙界会要求最新升仙者带着整个门派迁界，加入到这场血腥的位面战斗当中。 那么，同样也有可能面对相似困境的天堂，没有理由不采取类似的做法。雍博文怀疑这条所谓的偷渡天堂的通道，就是天堂用来征召人间作战力量的秘密途径。这一点从他手头掌握的有限的情报就可以看出端倪。想从这条通道进入天堂，或是从天堂返回人间，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都是大量的精魂，甚至。 还有直接带走大批人员的情况，天堂也同样面临着战战斗力缺乏的困境。对于雍博文而言，这就是难得的商机。地域殖民地的开发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跨界交易所能带来的难以想象的暴利。高高在上的天堂，在已经去过外域位面的雍博文的眼中啊。 也不过就是一个较强大的位面罢了，像这种位面自然不适合武力直接征服，估计很难打得过。那么规规矩矩的做生意也是不错的选择呀。一见面就直接亮出石轮金刚身上的特征部件，就是为了证实先前的猜测。如果真如他所猜想的那样，对面的天使肯定应该能认出那个东西的来历。掌心的黑色尖角突的飞了起来。 飘过光芒，向对面的天使飞过去，在一片的白茫之中，如同白墙上的污点一般，是那样的醒目刺眼。天使抓住了黑色尖角，长久的沉默之后，那个隆隆的声音再度响起，这回语气却不像方才那样高高在上了，而是客气了不少。你来自何方？代表哪一届？ 十轮天魔的侵略尚未抵触人间，那么能拿到十轮金刚身上布甲的对方，自然不会是来自人间。天使如此猜测。我叫雍博文，百分之百的普通人类，只代表自己。你能把光关小点吗？雍博文心头大定，或许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谈一谈，我这里或许有许多你会感兴趣的好买卖。 我只是这条通道的守卫者与信息的传递者，你想做什么，请说出来，我会传达给负责的高阶天使。是否应允，他们会做出决定并主动与你联系。这很正常，眼前这位天使显然就属于门卫大爷的角色，就是个看门的啊，看起来威风凛凛，实际上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如果他能一口什么都答应下来，那就奇了怪了。 我知道天堂正面临着十轮天魔的进攻，你们应该战斗力严重匮乏吧？所以才会搞这条通道，以从人间偷渡人手弥补不足。可是你们又怕影响到人间的信仰，所以只能偷偷摸摸的搞。像你们这些能够偷渡过去多少人呢、啊？能解决什么问题啊？而我可以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能够付出足够的代价，我随时可以派出百万大军。 注意，这支军队不是由普通人类组成的，而是由高级的作战傀儡和精怪组成，拥有普通人类建立的军队无法比拟的战斗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当然，如果你们需要什么物资啊、武器的话，我这边也可以提供，只要能够支付足够的代价。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派人来看一看我们的产品，与我们商谈。 我们可以做一个一揽子的商务协议，不管是武器还是战士，都不成问题。天使愤怒，声音如同雷鸣一般炸起。能够供奉主是你们的光荣，你怎么敢与主谈条件？你这是赤裸裸的亵渎！我不信上帝。雍博文毫不畏惧地提醒对方：如果你能做主的话，现在拒绝我，我立刻走人。 天堂能不能支撑得住，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如果你不能做主的话，那么把我的话传给能够做主的那一位。你啊，就省省口水吧。啊，不要在这儿白费力气了。对我这种异教徒，你吼什么主的光荣啊，荣光啊？我是信南华老仙的好不好啊？异教徒只有地狱一个去处。天使的声音小了一些，看起来更像是在不满意的嘟囔。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就算是个看大门的，他也是天使，自然知道天堂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如果雍博文所说的真实的话，没有丝毫夸大其词的话，那么极大解决天堂目前的问题。就像雍博文所说的那样，这种偷偷摸摸的办法，对于天堂目前面临的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除此之外，他们实在想不出。 其他从人间偷人的办法，我已经占了一层地狱了。丁博文面对天使都占了上风，一时神清气爽，微笑的掏出了一张名片：“这是我的名片，想好了可以联系我。至于天使怎么联系他，那就不是他管的事情要是连主动联系他都办不到，那他就可以怀疑这帮子天使的能力和智商问题 名片飞起，落到对面天使的手中。那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这天使啊，大概是打算闪人了。最后问了一句：“我会在这里逗留两到三天，然后就会回国。如果你们不能在这几天内做出决定的话，那就只能在那片异教徒的土地上找我了。希望你们一切顺利。” 雍博文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急切态度，由此来判断天堂对这笔交易的需求度有多大，这也是他提出要求和价格的基础。对面的天使没有再说什么，转身一步步的返回，青铜大门悄然的关闭，光芒消失，依旧还是那个四四方方的大厅。 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双头妖魔已经流尽鲜血而死亡，也不知道死前是否听到这场对话，不知道会对这种与天堂做赤裸裸交易的行为有何感想。当然了，如果他知道这个与天堂谈交易的男人就是一手导致整个异种联盟覆灭的罪魁祸首的话，大约会感惜一句。 摆在这么拉风的敌人的手中，也不冤枉啊。你说那扇大门之后真的会是天堂吗？我博文摸着下巴，关注着紧紧关闭的青铜大门。应该是个传送类的法阵吧？这种异界通道不可能长时间的维持，而且就靠着一扇门来阻隔，光是位面之间的能量冲击就足以把这块地方夷为平地。了。 潘汉义摇着头，哎呀，真想动手打开看看。龙博文见潘汉义用一种古怪的目光注视着自己，说笑着，我们先出去吧。不知道海默布鲁克斯是不是等急了？两个人沿着原路返回到教廷大厅当中。 就看到海默布鲁克斯领着两名作为牺牲用的法师，安静地站在大厅中等候。事情办得还顺利吧？我在这两个法师身上没有发现信号启动的迹象。他顿了顿，解释：“祈祷打开大门者，便是默认的临时性的联络通道的位标，守门天使会在第一时间为两人注入一种可以发射信号的生物。” 并按照与开门者约定的时间设定好，越临近打开通道时间，信号便会越强。当信号强度达到顶峰的时候，天堂之门就会打开，而发射信号的法师则会暴体而亡。那种生物就是所谓的脑虫，这也是所谓的约里尔综合症的由来。每一次约里尔综合症的发作，都代表着一次天堂大门的打开。 未得过上帝允许的天堂之门，在开门的时候，守门天使已经在他们两人身中注入了这种生物。可是守门天使离开之后，却没有激活这个生物以启动信号。大概是他不需要这个信号了吧？丁博文含糊地说：“他提出的交易，对于向来面对人间都是高高在上的天堂来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就算是有天使来到人间与他谈判，也绝对不会通过第三者的渠道，以免走漏消息。一切顺利就好。既然雍博文不愿意细说，海默布鲁克斯也就识趣儿的不再细问。雍大天使对于我们的巨大帮助，整个东欧术法界都将铭记于心。希望你能参加两天后的入城仪式。 以稍表达一些我们的谢意。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父亲第六百九十章。上回书我们说到，雍博文借用海默布鲁克斯的两个随从打开了天堂之门啊。 具体是不是天堂之门，咱也不知道。反正看到天使了，啊，雍博文决定和天使做一笔交易。这是一个巨大的交易，为此，天使没有通知海默布鲁克斯的这两名手下，也并没有抓走他们，而是这么偷偷摸摸的进行。之后，海默布鲁克斯对雍博文。 说希望他能参加两天后的入城仪式，以表达他们中国法师对东欧书法界帮助的谢意。拥抱文正考虑用什么理由来多逗留两天呢？听到海默布鲁克斯如此说，便欣然说：“啊，也好，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也希望能够亲自的做一次历史的见证者。让我们一起庆祝东欧和平的曙光来临吧。”还有一件事情。 我的妻子前两天刚刚出院，对于上次未能参加迎接晚宴和舞会感到非常的抱歉，所以想在明天晚上举行一次小规模的家庭宴会，宴请大庭师阁下以及你的亲近下属，不知大庭师阁下能否赏光呢？这种家庭宴会是欧美惯用的拉关系套近乎的手段。如今虽然东欧战事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百废待兴啊，围绕着天堂偷渡门户的新一轮博弈争夺又将开始。海默布鲁克斯肯定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坚定且强大的盟友，而雍博文毫无疑问是最佳的人选。雍博文也不疑有他，便满口答应一下回去一盘算，既然是布鲁克斯夫人主持的家庭宴会，那表示的就是。 布鲁克斯这个团体与雍博文这个团体的亲近，而不是东欧法师协会与中华法师协会这两个协会之间的亲近。所以扒拉了一下，把自家公司啊这次随同前来的部下都拉了下来。梅亚轩、于伯军、李瑞流等等，这些骨干都要向海默布鲁克斯郑重的推荐一下。啊，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带着艾丽云和于春兵。 一个是自家老婆，一个是集团中属于城市公司一脉的另一势力的代表。回到了住处，雍博文便把事情向艾丽云一说，再交代潘汉义通知安排个人做做准备，至少礼服什么的得弄一件啊，是吧？到时候不能太失礼呀、啊。潘大助理目前有从安全助理升级的趋势。 因为整天跟着雍博文身边呢、啊，雍博文习惯性的什么事儿都让他帮忙安排，这让潘汉义很有些苦恼。他是代表广阳派保护雍博文安全的，而不是像其他弟子那样正式加入公司成为员工的。严格上来说，不算雍博文公司下属，而只能算是因着私人关系的原因的贴身保镖。可现在，雍博文明显有把他当成公司下属用的趋势了，潘汉义不禁有些犹豫。 是顺势加入公司呢，还是继续游离在公司外围呢？事夜，雍博文一行人等准时乘着接他们的车子抵达海默布鲁克斯在维尔纽斯的临时住所。作为东欧术法界事实上的掌舵人，虽然只是临时住所，依然不是普通法师所能相提并论的。这是一所。 历史悠久的古堡，据说第一任主人呢、啊，可以追溯到近五百年前。哎呦，那不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吗？<laughs> 布鲁克斯夫人出身于巫师世家，其家族向上追溯可以甚至曾出过一任巫师公会的会长。不过近些年来啊，已经有些落败了。但是从血统上来说，她能嫁给海默布鲁克斯。 依然有着很重的下架成分。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布鲁克斯夫人风度高贵，举止优雅，举手投足的风情让人完全忽略了他的年纪。任谁都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很迷人的女士。如今已经这般年纪了，还能给人如此感官，想来年轻的时候那更是不知道怎么样的颠倒众生了。 当年东欧战事紧急，海默布鲁克斯向欧美各方求援一度不利，还多亏了布鲁克斯夫人挺身而出，大走夫人外交路线，并且全力的劝说家族对海默布鲁克斯给予坚定支持，才有了海默布鲁克斯最终获得的巨大援助。也正是因为布鲁克斯夫人的全力支持，海默布鲁克斯才能够有了今日。 在东欧如皇帝一般的无上地位。现在，眼看着东欧战事结束，布鲁克斯夫人家族的付出即将得到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回报，而布鲁克斯夫人也终于结束了治疗休养，从医院里走了出来。他出院之后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宴请雍博文一行人。在外界看来，这显然又是如当年一般。 布鲁克斯夫人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自己的丈夫巩固与雍博文的联盟关系，为进一步坚定丈夫的地位做出努力。夫人外交这种东西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有相当有效的办法。当雍博文一行人抵达古堡的时候，布鲁克斯夫人亲自站在门口迎接，与每一位来宾握手。 雍博文在与布鲁克斯夫人见过了面之后，便留在一旁，为鱼贯进门的一众手下做着介绍。布鲁克斯夫人对每个人都是彬彬有礼，不吝于赞美之词，态度优雅从容，尽显大家风范。只不过，当介绍到梅雅轩的时候，却出了些小小的意外。听到雍博文的介绍之后， 布鲁克斯夫人没有如刚才那般例行的赞美一番了，比如这么年轻就能担重任啊，前途不可限量什么的。只是紧紧的握着梅雅轩的双手，上上下下打量，眼中慢慢的涌起泪花，竟是一时间出神了。雍博文心中有鬼啊，害怕是布鲁克斯夫人看出什么，赶紧低唤了两声，把布鲁克斯夫人。 换回神来了，布鲁克斯夫人松开了梅亚轩，抬手试了试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低声说：“大天师阁下，让您见笑了。看到梅小姐，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了我可怜的女儿。她被异种联盟掳走的时候，也就梅小姐这么大，还是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就那么被群畜生给抓走了，到现在依然是生死不知、下落不明。<laughs> 我可怜的孩子，<laughs> 说着又忍不住要流泪，连忙又揉了揉眼睛，强颜欢笑的对梅雅轩说：“梅小姐这么年轻就能成为雍大天师的得力助手，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梅雅轩客气地谢过了布鲁克斯夫人的赞美，有些匆忙地往里走去，心中涌起了巨大的难以抑制的悲伤。这是来自于 Carrie 的情绪。成为一体两面的阴阳兵，双方的爱恨情绪都是共通的，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应到。梅雅轩生怕自己控制不住哭出声来，让布鲁克斯夫人起了疑心，可就麻烦了。 来参加晚宴之前，雍博文特意找过他们两个谈过，把话说得很清楚。今晚是布鲁克斯夫人举行的家庭宴会，要是去的话，肯定能见到布鲁克斯夫人。凯瑞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千万不能穿帮了。如果他实在控制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了。凯瑞很害怕见到母亲时自己控制不住情绪，但是想要再看母亲一眼的巨大的欲望压倒了一切。 让他很违心地表示自己绝对能够控制情绪，不会被悲伤击倒。两人心里都是连通的，他的犹豫与谎言，梅亚轩都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他还是保持了沉默。既然已经是一体两面了，那无论什么都要共同面对，共同承担。梅亚轩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 他没有向雍博文做任何一丝的透露。雍博文也知道让梅亚轩和凯瑞参加这次宴会风险极大，但梅亚轩就在维尔纽斯，又是众所周知的他雍大天师的得力助手，掌控雇佣兵部队的大头目。若是不来参加，反倒平白让人怀疑。而且雍博文很体贴的考虑到，凯瑞肯定很想再亲自的见上母亲一面。 这个小小的心愿，总不能因为担心被看穿就不满足他了。雍博文虽然已经学会了算计，学会了冷酷，但终究还没有冷酷到只会算计而不顾其他，终究还是硬不起心肠，直接就不让梅亚轩参加会宴。现在看到布鲁克斯夫人的表现，雍博文心便提到了嗓子眼里。当初海默布鲁克斯初见梅亚轩的时候。 也是情绪有些不对头，难不成是因为这阴阳兵相互之间影响，使得梅亚轩的举止行为上有了凯瑞的影子，才让最熟悉凯瑞的亲人看出端倪来？幸好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接下来布鲁克斯夫人完全恢复了正常，在晚宴上谈笑风生，似乎完全忘记了刚刚的失态，对着梅亚轩也是一视同仁。 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只是他在餐桌上表现的如此抢眼，以至于连海默布鲁克斯的风头都抢光了。在东欧，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聚集中心的布鲁克斯大祥魔法师，此刻在餐桌上却完全成了夫人的陪衬，只是偶尔搭个话，多数时间却都保持沉默。偶然间的失神。 这表明他此刻有着很重的心事。不过，以他掌控东欧的权势，日理万机，要是没有心事啊，那才是怪事。在座的每个人都对布鲁克斯夫人大生了好感，唯独警惕性最强的潘汉义贴到雍博文耳边小声提醒：“那个女人施了小小的法术，可以增添别人对她的好感与亲近。她也是法师吗？” 用这种小手段来拉近关系很正常，雍博文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种小法术充其量也就增加些好感度罢了，也没什么坏影响，犯不着小题大做。可是梅亚轩却能感觉到越来越重的悲伤与不舍，那、呃、依然是来自 Cary 的情绪。明明近在咫尺，却连相见都不能。 那是他最亲爱的母亲呢、啊，这让他心中怎能不悲伤？梅雅轩实在是忍不住了，趁着告罪去洗手间的功夫，偷偷对凯瑞说：“要不然我一会儿找个机会把隐藏你的法术解除，你去跟母亲见上一面吧。我躲远一些，这样她不会察觉你是阴阳兵，只会当你的魂魄返回家乡。你们好好聊一会儿吧，就见一面，就聊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的。” 是，就见一面，就聊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的。可是对凯瑞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凯瑞心动了，虽然仍然有些犹豫，理智在告诉他这样做很不妥，可是对母亲的思念终于还是压倒了理智。晚宴进行的顺利愉快，没有了妖魔半道的打扰，没有不识趣的家伙出来破坏。 整个宴会称得上是宾主尽欢。唯一意外的是，布鲁克斯夫人在中途曾离开片刻，说是去补妆，也就是去卫生间方便的代称。只是这去的时间略久了些，而且回来的时候，布鲁克斯夫人眼圈略有些发红，神态也显得有些疲惫。发现这一点的人虽然都感到有些诧异，但终究不好意思过问，反正也没什么。 大的影响不是吗？谁也不会放在心上。雍博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还特意的看了一下梅雅轩的位置，确认梅雅轩一直好端端的坐在那儿，没有动态，便没有在意。但是他却有些发觉，梅雅轩在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又起身离座去了次洗手间，回来的时候神情略有些郑重，似乎是在出神。 其实、啊，梅雅轩在第一次去卫生间的时候，便解除了凯瑞的隐藏法术，让自己躲起来寻找与布鲁克斯夫人见面的机会。而布鲁克斯夫人恰好也去了洗手间，便在这里，母女两个死别十余载之后再次相逢，却是人鬼殊途。只是宴会还在进行，也不能多谈。布鲁克斯夫人便约凯瑞。 明晚再见，凯瑞有些犹豫不决。本来偷偷与母亲见面就已经违背了雍博文的命令，见一面已经是不容易了，再专程跑出去见面的话，也不知会惹来什么麻烦。到目前为止，雍博文在东欧相关事务进行的极为的顺利。凯瑞不希望因为自己而影响到雍博文的大事。可是布鲁克斯夫人苦苦哀求，甚至为此痛哭。 只想能跟女儿再见一面，多聊一会儿，多待一会儿，别无所求。c a r r y 终究还是没能硬气心肠答应下来。梅亚轩知道了之后，虽然有些担心会出麻烦，但也同样不忍心拒绝 c a r r y 的要求，而同意明晚再去见布鲁克斯夫人一面。晚宴结束。 宾主尽欢，气氛融洽到了极点，可以说是完美达成了这次晚宴的目的。雍博文带领众人告辞，返回住处。他们将在维纽斯住的两个晚上，待东欧法师协会准备完后，才会出城参加入城仪式。第二天，一时无事的雍博文在大队保镖部下。 和东欧法师协会法师的陪同之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维尔纽斯各处古迹景致。期间恰好碰上了前脚城中的残余妖魔的一场小规模战斗。雍博文带着众人全程围观，直到将那几个潜藏的顽抗的妖魔全都击毙之后，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总而言之，这一天对于雍博文而言，算是一个难得的假期。 他终于可以暂时摆脱繁忙的事物，尽快的享受一天了。至傍晚时分，乌云群集，天降暴雨。雍博文返回驻地，准备好好的休息一晚，迎接次日的入城仪式。那场仪式预计将折腾个七个小时左右，不养足精神呢，实在是很难坚持到底。 用过了晚饭之后，个人都回自己的房间休息。梅亚轩收拾停当，披了件雨衣，悄然的离开了驻地，前往与布鲁克斯夫人约定会面的地点。他自以为走得悄然生息，谁都没有惊动，却不知走出酒店大门，行踪就落入了在驻地酒店对面的小巷内的一个人的眼。 那个人已经顶着雨，在小巷中站立很久。看梅雅轩鬼鬼祟祟地走出酒店之后，轻吁了口气。但梅雅轩完全消失在了雨街的尽头之后，方才从小巷中走出来，抬头看了看那间戒备森严的酒店，施了个法术，引着飞溅的雨水隐去身形，悄然无声地潜入了酒店。 酒店房间中，雍博文还没有休息。经过白天一整天的休息之后，到了晚间，便大量的堆积下来的事物等待着他的处理。这是身居高位、获得令人羡慕的权势的，注定要有的代价。雍博文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正在与韩雅进行视频通话。潘汉义。 坐在他的对面沙发上，无聊着翻看着一本冒险小说。回到人间不久之后啊，他就正式成为了一个冒险小说迷，总是随身带着那么一两本啊，一有功夫就掏出来看一会儿，很有些痴迷的前兆。就是不知道这位潘汉义啊，听不听小说啊？<laughs> 李勤富则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盘着腿。 闭目打坐，嘴唇无声的开合，似乎是在念经。艾丽云正在小酒吧的旁边烧着热水，准备泡茶。突然，一阵狂风吹过，将房间的窗子猛地吹开了，湿冷的雨水夹杂着疾风中在屋中乱舞。潘汉一猛地抬头，一把握住了放在身旁的剑匣。 但是李勤富动作更快，几乎就在窗子被吹开的同时，李勤富倏地跳了起来，眼睛甚至都没有睁开，人就已经冲到窗前了，不假思索，冲着大敞四开的窗子狠狠一拳。他没有武器呀、啊，拳头就是他最好的武器，也是最正常常用的武器。一拳打在空中，砰的一声，水花四溅。 一个透明的人影在飞溅的水花当中显现出形状来，被李勤富这一拳打得连连后退。李勤富这一拳得手啊，双手在空中一翻，捏起手印就要往那个人影身上招呼。那个人影却高高举起双手，没有一丝反抗的意思，低声即刻，我是来报信的，没有恶意。”说的却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嗯。 雍博文诧异的抬头看了那个人影，水流满地，隐在水中的人影现出身形。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复：付宇，第六百九十一章。 李勤富没有继续追击，而是停下脚步，虚拳放于身侧，转头看了看雍博文，等待着雍博文的指示。如果雍博文对这没有兴趣的话，那这个人也就死路一条了。你要报什么信呢，奥列格法师？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奥列格的真人，但是他的档案上有照片。雍博文见这个人与自己。 正要追捕的奥列格的照片有八九分的相似，便试探着问一句：“大天师阁下，我有一个关系到您和东欧法师协会未来关系发展重要消息，如果您愿意答应我一件事情，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不感兴趣，我正想抓你呢，你却自己送上门来，这算是自投罗网。 关系到梅亚轩和凯瑞的生死安危的消息，你也不想知道吗？雍博文缓缓坐直了身体，冷冷注视着奥列格：“你想要什么？”如果有选择的话，奥列格绝不想用这种近乎威胁的方式来获取这个谈判的机会。像雍博文这种大人物。 就算一时因为种种原因接受你的威胁，过后他也会有一万种方法来找回场子。尤其是奥列格这次来的最终目的，绝不是想与雍博文继续为敌的。伊李伊维奇利用他揭开 c a r r y 被练为阴阳兵的内幕，他接受了这次利用，不代表他就会心甘情愿地被利用下去，或者说是毫无作为地等待着在利用价值用尽之后被毫不留情地抛弃。 如果真要那样的话，他就不是奥列格了。与布鲁克斯夫人接触过之后，奥列格就迅速做出决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改变自己目前的困境。作为一个多年的情报工作者，奥列格深知如何把一份情报卖上一个好价钱，所以他才会耐心的等待梅亚轩和凯瑞 r r 离开酒店之后来拜访雍博文。 但是可惜的是啊，雍博文根本没有给他平等商谈的机会。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这个后患无穷的最下策。我只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绝对没有任何危险，或是利用这个消息换取什么好处的想法。奥利格在沙发上坐下，让自己的情绪尽可能平稳下来。如果。 非要说我有什么期待的话，那么我唯一的期待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为大庭师您工作的机会。说说你的消息吧。雍博文端起艾丽云沏好的茶，轻轻地抿了一口，甚至都没有正视奥列格。布鲁克斯夫人已经知道了凯瑞与梅亚轩是阴阳兵的事情，而且她似乎想通过某种途径。 解除两人阴阳兵的关系。就在我来的时候，刚刚看到梅亚轩和凯瑞离开酒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赴与布鲁克斯夫人的约会去了。布鲁克斯夫人肯定会在这次会面的时候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博文砰的一声将茶杯重重的放在茶几。他们在什么地方会面？凯瑞。 与布鲁克斯夫人约定会面的地点是一处教堂。经过异种联盟的长期占领，这座教堂也如其他维尔纽斯教堂一样完全荒败，窗子破碎，遍地杂草，桌椅都已经腐朽不堪了。到了近处的时候，梅亚轩就近找了个地方躲藏起来，而凯瑞则独自步入教堂。当他走进教堂的时候，就看到。 布鲁克斯夫人正半跪在十字架前喃喃地祈祷。“妈妈。”她轻轻地唤了一声。布鲁克斯夫人身子微微的一颤，站起身，转过头看着凯瑞，眼睛里蓄满了泪花，张开双臂，低声唤道：“凯瑞，我的宝贝，你终于来了。” 凯瑞扑入了布鲁克斯夫人的怀里。他是鬼魂，没有实体。布鲁克斯夫人就算是法师，也不可能抱到，只能虚虚的合拢双臂，做出拥抱的姿势，遥作安慰。凯瑞，跟妈妈回家吧，妈妈会保护你，保证不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让你平安的升入天堂，从此远离人间的痛苦。妈妈，我也好想你，我也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不能，我现在是阴阳兵，不能离开阳兵太远。是他吗？布鲁克斯夫人指着教堂门口。凯瑞一惊，扭头向教堂门口看去，正看到两名穿着乌黑法袍的蒙面法师正架着满面惊慌的梅雅轩走进来。妈妈，你要做什么？凯瑞惊呼着飘过去，紧紧抱住梅雅轩。 因为是互为阴阳兵的关系，他和梅亚轩却是相互之间可以触碰到的。你不能伤害小轩，他是我的朋友。不，他只是你的阳兵宿主，是害你不能解脱人间痛苦、升入天堂的罪魁祸首。我已经同天堂做了交易，并付出了代价，天使会来到人间，将你带回天堂，而你在人间的一切羁绊，就算不由我来斩断。 天使也绝对不会容情。只有杀了他，你才能摆脱阴阳兵法术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妈妈，你不能那么做！我不允许你伤害小轩。我已经这样做了。或许你现在会痛恨，可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我替你做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天使很快就会降临，圣光照耀之下。 一切阴暗都将无措顿挫，包括阴阳兵这种上不台面的邪门法术。泰瑞猛地附在了梅亚轩的身上，快速施展了一个法术，一道烈焰猛地自梅亚轩的身体表面。那两个法师猝不及防，下意识的同时松手甩开梅亚轩。 梅雅轩一得自由，立刻毫不犹豫的从衣兜里掏出两把手枪，砰砰，两枪，正击中身旁两名法师的大腿。啊！两名法师惨叫着，捂着腿上的伤口倒在地上。刚刚梅雅轩是受到偷袭，都没机会掏枪，就被直接抓住了。过于轻易的得手，也让这两名法师有些轻视梅雅轩了，便没有搜他的身。万没想到，他居然藏着两柄手枪。 受伤的两名法师掏出各自的法杖，就准备施展法术。可是梅亚轩的动作更快，掏出两颗破法手雷，狠狠砸在两个人的身上，悠悠的蓝光爆开，两人顿时暂时失去了施展法术的机会。快跑！快跑！凯瑞在心中冲着梅亚轩大吼：“母亲还没有出手呢，他一旦出手，威力远不是那两个终极法师所能比拟。” 梅亚轩绝没有任何逃离的机会。梅亚轩向来极为的听凯瑞的话，听到凯瑞如此急促的大吼，二话不说，转身就往外跑，三两步就跑出了教堂。一人一鬼冲出教堂，却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大雨如注，可是教堂外面却站满。 穿着黑袍的法师，这是来自布鲁克斯夫人家族的力量。自海默布鲁克斯掌控东欧术法界之后，这批精锐的家族法师便被挑出来送给布鲁克斯夫人做护卫。平素布鲁克斯夫人在医院休养的时候，安全保卫工作全部都是由他们来负责的，而绝不允许东欧法师协会的法师介入。 尤其是在家里遭到一种联盟突袭之后，布鲁克斯夫人对东欧法师协会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更是不允许东欧法师协会的法师负责自己的安全事务。而现在，布鲁克斯夫人带着所有的家族法师来与凯瑞见面，也表明了她绝不容许凯瑞和梅亚轩逃走的决心。黑袍法师沉默着，冒着大雨，连伞都没有打。 就那么站在街上，挡住了凯瑞和梅雅轩逃生的去路，无路可逃。暴雨如注，梅雅轩满身都湿透，冷且恐惧，瑟瑟发抖。黑袍法师们缓缓的围上来，躲开，都躲开。 凯瑞护住梅亚轩，拼命的挥着双手，驱赶着前来围上来的黑袍法师。尽管已经死了，尽管只是对法师来说毫无威胁的鬼魂，可是他终究还是姓布鲁克斯的。他是东欧书法界第一人海默布鲁克斯的女儿。黑袍法师们随布鲁克斯夫人而来，目的就是为了帮他寻回失去的女儿。 让他的女儿停止在人间痛苦徘徊，幸福完美的升入天堂。Carrie，放弃吧，你不可能留在人间。布鲁克斯夫人缓缓地走出教堂，看着状若疯狂的 Carrie，痛心的大喝：“妈妈，求求你放过小轩，放过我们吧。” 以最凄惨的方式离开人间的凯瑞，却在死后从梅雅轩、从雍博文的身上感受到了失去已久的温暖与爱护。梅雅轩是他的杨冰，是他的姐妹，是他的亲人，是他不可分开的一半的人生。他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去伤害梅雅轩，哪怕是他最思念的母亲，也不行。 虽然学了些法术，但是梅雅轩远远无法与这些真正的身经百战的法师相提并论。哪怕有凯瑞的帮助，也差十万八千里。他们无路可逃，他们逃不掉。凯瑞猛地从梅雅轩的衣兜里掏出了一颗手雷，高高举起来：“妈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最新的术法武器，专门伤害灵体的碎魂手雷。” 只要我引爆激活的法术，就会立刻把我炸成碎片，从此真真正,正正的永远消失。布鲁克斯夫人泪流满面，凝视着凯瑞，缓缓地说着：“凯瑞，你逃不掉。天使已经赶来了。你听，雷声里有声音在奏响，天堂之门已经打开。” 就算我不拦着你，天使也一定会把你带走。这是已经缔结的约定，就是我也不能反悔。放弃吧，卡瑞，你们无路可逃。让开，你们都让开，让他们都让开，不然我现在就炸碎自己。就算是天使，也没有办法让破碎的灵魂复原。 布鲁克斯夫人无力的挥了挥手，聚拢上来的黑袍法师缓缓的退开，重新站在街边，沿路排列，将暴雨与黑暗的深处延去。小轩，走啊，快走！凯瑞一手握着碎魂手雷，一手拼命拉起梅雅轩，跌跌撞撞的向前奔走。雷鸣<明>，电闪。 暴雨，长街，漆黑如墨，空气森冷若冰。浑身湿透的梅亚轩拼命的向前奔跑着，不时的跌倒，再爬起来，再跑。凯瑞影子一般的紧紧跟随在他的身旁，忠实的尽到了一名护卫阴兵的职责。 奔跑，踉跄的奔跑，向着更阴暗的深处奔跑。黑袍法师们默然注视着这一人一鬼两个女孩。忽然，神圣的乐曲声大作，天空中密集的乌云突然破开了一个大洞，金色的光芒伴着倾盆的雨水洒落在漆黑的人间。 正将梅雅轩和 Carrie 拢在其中。乌云深处，金色的光门正缓缓的打开，两个伸展羽翼的圣洁的身影缓缓的步出，天使降临。在这漆黑寒冷的雨夜里，Carrie 的身体被映成了透明的金色，她惊恐的发现自己与梅雅轩的联系正在逐渐的减弱。 梅亚轩的脸色透明的近乎苍白，他可以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与生命正随着与凯瑞联系的减弱而急速的消失。当联系完全切断的那一刻，就是他死亡的一刻，也就是凯瑞获得自由的一切。梅亚轩没有力气再跑他的双腿软的好像面条，沉的如同灌铅。 终于放弃，一屁股坐到了没入脚踝深的街面的积水里。c a r r i 我跑不动了，对不起，小轩，对不起。c a r r i 抱着梅雅轩放声大哭，他可以用永远消失来威胁母亲，却不能用死来威胁天使。当天使降临的一刻。 就注定了，他们真的是无路可逃。木的光芒一暗，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圣光消失了。两人茫然地抬头，看到头上多了一把雨伞，挡住了从天而降的金色的光芒。持着伞的年轻男子虽然身处暴雨之中，却依旧干干爽爽。 连一丝的雨滴都没有。大晚上的，两个女孩子不老实的在酒店里待着，到处乱跑什么呀？多危险啊！雍博文温和的微笑，向梅亚轩伸出手：“跟我回去吧。”看着为他们撑起一片希望的雍博文，一直再怎么恐惧慌乱都没有哭泣的梅亚轩，终于哭了起来：“雍总，对不起。” 以后记得听话，下不为例。雍博文丝毫没有责怪两人的意思，握住梅雅轩冰冷的手，将他拉起来。大天师阁下，你想做什么？布鲁克斯夫人怒不可遏，握紧了双拳。当然是带着我的员工回家了。雍博文向着布鲁克斯夫人微微的鞠了一躬。夫人，凯瑞是您的女儿。 这不假，可他也是我公司的员工，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这里是东欧，不是中国。你以为你可以像在自己家里那样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吗？你可以试一试阻挡。雍博文毫不在意的微笑，领着梅亚轩转过身，缓步前行。 布鲁克斯夫人气的是浑身发抖，紧握双拳，指甲都刺进掌心了，鲜血直流。他真希望自己是真的疯掉了，那样他就可以不顾一切的下达命令，让人干掉这个可恶的家伙。可是他没有疯，所以他不能。战后的东欧需要这样一个盟友，海默·布鲁克斯需要这样一位盟友。 布鲁克斯家族需要这样一位盟友，所以他才会选择偷偷的把凯瑞引出来，想要造成继承事实，这样即使事后赔罪道歉也没有问题，既不影响大局，他还能帮凯瑞解脱。可是现在，雍博文亲自出现了，如果他敢动手的话，那等于是赤裸裸的挑战雍博文的尊严与威信。 这将摧毁双方合作的最起码的基础，国内外不知多少势力会为此而贪官相庆。漆黑的雨街上，雍博文只身一人出现，领着梅雅轩，缓缓的。 可是布鲁克斯夫人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铺天盖地的地狱妖魔和作战傀儡；看到的是一个庞大无匹的经济怪兽；看到的是一个如她丈夫一般的紫灰大天师。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 第六百九十二章，雍博文举着伞，拉着梅雅轩，无视街两旁虎视眈眈的黑袍法师，无视气得发抖的布鲁克斯夫人，从容而行。圣音依旧，金光追随着照射下来，牢牢照定了那把黑色的大伞。布鲁克斯夫人突然升起了一线希望，雍博文。 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我已经与天堂定下了协约。你抬头看看，天堂之门已经洞开，天使即将降临。他们将引领 c a r r y 回归天堂。你即使在人间无敌，难道还能抗衡天使吗？世界不仅仅是你脚下的这块土地，你那点力量远远不够看。哈，哈哈哈哈哈！ 要挟我斩得，先使我杀得，神魔我也得罪过，天使又怎么样？雍博文放声长笑，他的底气不仅仅来自于隐于暗处的数百作战傀儡和地狱魔王部队，也不仅仅来自于随行保卫的广阳派弟子，不仅仅来自于很不情愿冒着大雨跟出来的濮阳海师徒，更在于他已经知道此刻天堂所处的困境。 面对十轮天魔的攻击，他们已经窘迫到了从人间偷人的维持的地步了，有什么底气与胆量，在与十轮天魔作战的同时与人间开战呢？金光大圣，一束束探照灯一般的光芒，穿破了层层乌云，射落在黑暗的大地上。神圣的乐曲声大作，浑身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巨大的差异的天使缓缓降临，强大而神圣的威压如怒涛一般、狂潮一般的涌过来。街两侧的黑袍法师敬畏的纷纷半跪下，完全不在乎地面污水的横流。作为法师，他们或许不信奉上帝，但他们却更清楚天使所具有的强大的力量。他们臣服的是这巨大的力量。 而不是所谓的神圣权威。雨忽然停了，两个天使降落在了街前方百余米开外的地方，光芒收敛，天使光芒万丈的身形也急速的缩小，最终变得与常人一般大小，仅仅身体表面金光闪闪，背后的羽翼却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点点的碎光，如同星辰一般，不停地自片片的羽翼上洒落下来，飘落在地上，顺着水面流淌开来。于是，他们所站立的那一处地面也星星点点地闪烁起。从形象上来看呢，降临的两个天使是一男一女，都是金发碧眼，啊，金发黑眼。 闪着金光的是他们身上披着的战甲，男天使负着一柄巨大的长剑，而女天使却是持着一张大弓，背上挂着剑壶。虽然战甲金光灿灿，但若细看的话，就能发现那个战甲表面呢、啊，满是伤痕、血污，还有不少破损的地方。两个天使都是神情肃杀，凝视注视着雍国公。 海默布鲁克斯夫人这个时候激动的大喊：“两位天使，就是那个女孩身边的灵魂，请把她带回天堂，从此脱离人间的痛苦悲伤吧。”雍博文缓,缓缓地收起雨伞，凝神戒备。隐身在暗处的作战傀儡纷纷亮出身形，架起武器，随时准备开战。不远处的房顶上，胡阳海拄着青竹杖。 迎风傲立，神情冷峻，而潘汉义已然悄然的出现在了不远处的街角，恰好与雍博文同天使的距离相等。南天使向着雍博文缓缓的伸出右手，平摊掌心，巨大的声音同时响起。那不是人间的语言，可是，在场每一个人却都能听懂其中的含义。 巨大的声音唤的是一个人的名字，雍博文。摊开的掌心里平放着一只黑色的尖角。听到天使唤出雍博文的名字，布鲁克斯夫人满心希望都霎时间化为了绝望，一颗心不由自主的向无尽的深渊。 虽然天堂力量强大，天使神通广大，但是布鲁克斯夫人不认为天使在执行协约的时候会很认真地去调查将要履行对象的周边情况啊。在如今这个情况下，他们也没有那个调查的条件和能力。以天堂一贯的行事手法和习惯，他们唯一的做法就是依靠强大的力量降临人间，扫平一切反对障碍，强行地完成既定目标。简单、粗暴、直接。 这才是天堂在人间行事的风格。可是，降临的天使居然一口叫出了雍博文的名字，这你妈的也太离谱了吧！雍博文可是东方的法师啊，不信上帝的异教徒，他怎么可能跟天堂还有交情呢？在天堂还能有认识的天使？为什么会这样啊？啊不，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突然，情绪崩溃。事实偏却还向他最坏的预感方向发展雍博文淡淡的微笑着，向着两名天使一拱手，行了个东方式的礼节：“是我，你们来的比我想象的要快啊！来的越快，就说明天堂对这个事情越紧迫上心，也就说明了天堂目前的处境极为不妙。这对于雍博文而言，是个极大的好消息。” 全天使尼斯洛克，这天使拉泽尔，两名天使微微地向雍博文艺鞠躬。这个举动看得布鲁克斯夫人差点没真的崩溃疯掉。向来在人间高高在上、傲气无比的天使，竟然向一个凡人、一个异教徒的凡人施礼。这一定是这个世界打开方式错误了吧？是不是？要不重走一遍？啊啊、布鲁克斯夫人怀疑啊。 自己是不是其实还在家里呀、啊？还在床上，啊，这一切都只是一场不切实际的梦幻而已。要不然怎么能解释得这么离谱、扯淡、不靠边际的事情呢？虽然形象是一男一女，但众所周知的是，天使并没有性别，所以雍博文也不可能把他们当成男人和女人来看。但既然能代表天堂赶来人间相谈合作事宜，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在天堂中的地位。 尤其是从两人满身血污的盔甲上，大致可以判断，他们是在战场被紧急调来处理这件事情天堂的情况到底窘迫到什么情况呢？陆博文突然有些担忧。十轮天魔卷起的战火还没有波及到人间，是因为在人间前面有天堂、仙界这些类似的强大位面在苦苦的抵挡。一旦这些位面有失的话，或许下一刻。 整个人间都将被这非人的战火卷入其中。人类有多少能够在这种位面战争中幸存下来？或许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毁灭。那么，你们是想好了准备接受我的条件了？雍博文直截了当地进入主题。或许通过这种方式支援天堂对抗十轮天魔的战斗，对人间和天堂而言是一种双赢吧。 待时机成熟，还可以让人间更多的术法势力加入进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这一刻，雍博文想的有些远。女子形象的炽天使拉泽尔微微的颔首：“你所提出的建议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既然你能够拿出这个东西，他指了指尼斯洛克手里的黑色尖角，想来对十轮天魔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我们一直在苦苦对抗十轮天魔的入侵，情况极不乐观，所以急需足够的战力支援。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便降了下来，只有雍博文才能够听清，也只有他才能够听明白。哈，我还以为你们是应布鲁克斯夫人的请求来接引凯瑞升入天堂的。雍博文笑了笑，将躲在身后的凯瑞给两名天使瞧了瞧。 拉泽尔抬头看了看已经绝望地坐倒在教堂台阶上的布鲁克斯夫人，沉声说道：“我们确实也有这项任务。”这句话让凯瑞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他就在雍博文的身旁，能够听清、听懂天使的话。同时办两件事情，倒是顺便。雍博文却不怎么放在心上。瞎子都能看清楚，凯瑞是雍博文照的。 虽然两件事情都是面前这两个天使要办的，但事情也分轻重缓急。与争取足够强的战力支援这件大事相比，引渡一个迷失的灵魂前往天堂，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事急从权这个道理，天使们也懂。不，不是同时办理。拉泽尔解释，因为通道封闭的原因，我们需要得到人间的召唤和许可。 才能从天堂进入人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来同你商谈相关合作事宜，需要一个召唤来使我们能够达到人间。至于这个召唤是什么目的，这无关紧要。当然，如果能够达成的话，那就更好了。毕竟我们已经许诺了，天堂向来是有诺必行。那可太遗憾了，他们两个是我重要的手下，不可能让你们带走。雍博文把梅雅轩从身后拉了出来。 有雍博文在身边，梅雅轩已经定了神，整了整凌乱的衣服，捋了捋蓬松的头发，尽量让自己的形象好看一些。他才向两名天使抱了抱拳，这个礼节却是随着雍博文做的。天知道对面天使能不能明白这个意思。这是梅雅轩经理，与你们要引渡的灵魂 Carry，目前通过法术进行了某种魂体连接。目前他们主管着我旗下的雇佣兵公司。 也就是将接受你们雇佣，前往天堂为你们效力作战的部队的主要领导者，日后你们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拉泽尔无声地笑了笑，那可真遗憾，看起来我们要失信了。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并不是通过正式祈祷途径得来的允许，而是通过秘密通道达成的交易。交易做不成也没什么问题。谢谢。 雍博文很诚恳地向两位极上道的天使道谢。那么，既然贵方有这个合作意向，接下来还需具体讨论合作细节问题。两位是否能够全权代表天堂做出决定，亦或是还需要再选其他的代表来讨论细节上的事情呢？我们两个就可以全权代表天堂做出相关决定。由于我们能够在人间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暂，所以。 希望你们能够先提出一个初步的要求某条目，我们带回去研究讨论，并约定一个再来的日子。还请你指定一个专门的联系人，我们会对其进行祝福，使其倒则必应，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应召来到人间了。那、啊、那就小轩吧，正好这是你的职业范围。雍博文直接把梅雅轩推到前面，梅雅轩吃了一惊，但是他也算见过大场面的角色了。 虽经不乱，面色不变，彬彬有礼，对着两名天使：“请为我祝福吧。”拉泽尔缓步上前，拉住了梅雅轩的双手，背后羽翼缓缓地伸展，将梅雅轩整个包裹在其中。圣光的光点如细雨一般飘洒而下，从头到脚淋过了梅雅轩身材的每一处。 雍博文又从衣服里掏出一叠纸来，递给尼斯洛克：“这是我初步草拟的章程，你们拿回去看看吧。”这东西他早就准备好了，一直随身携带，为的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交到天堂来使的手中，即使开始谈判，早日达成协议。光点洗礼之后，拉泽尔低头亲吻了梅亚轩的额头。幸运的女孩，从这一刻起。 你将是天堂的宠儿，你的每次祈祷都必将得到回应，你的每个愿望都将得到天堂的祝福。梅雅轩的额心上多了一颗星状的红痣，似乎还隐隐有光芒在闪烁。尼苏洛克收好了雍伯文递过来的协议，那我们便离开了。人间时间三天之后，请在夜里准时祈祷召唤，我们将在那个时间再次降临。 两名天使再次向雍博文施了一礼，满身光芒大作，一步步仿佛踩着无形的台阶一般，向着天空中已经开始关闭的金色大门。金色的光芒缓缓的向着云层深处收缩，暴雨突然间就重新的落把正目送两位天使的雍博文交了个偷师啊，哎呀，赶紧重新撑起来伞。 梅雅轩躲到了伞底下，心情大定，却又有些担忧。雍总，我没有谈判经验呢，这么大的事情，我怕自己做不好。要不是让你自己做，你现在也是大经理了，这种事情迟早得接触。放心，我会安排张晶晶、于伯君和赵晨曦与你组成一个经理谈判组。看到天使也不用慌，不就是比我们多了一对翅膀吗？ 梅雅轩刚想说什么，忽听远方轰隆一声闷响，地皮都随之微微颤动。在场众人下意识的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西北方，浓浓的黑烟夹杂着火光，猛烈的冲上天空。蓦地，又有一道雪亮的光华冲天而起，仿佛要将整个天堂都劈为两半一般。 那道光华如同长虹一般，弯弯横过了半个天空，直直射向雍博文。雍博文心中没来由的一紧，紧紧盯着那道跨空而至的光华，纹丝未动。光华正落在雍博文脚前不足三尺处，<听>深深没入水泥地面之中。 那是一柄光芒闪烁的长剑，艾丽云的剑。龙虎山弟子练剑为宝，遇剑作战向来是剑在人在。艾丽云已经将自己的飞剑炼化为剑丸，平时藏于腹中，遇事喷吐即出，又怎么可能突然飞出这么远来呢？出事了！这个时候，潘汉义倏地窜到了雍博文身旁，是下榻酒店。 有人突袭，来势很猛。走！温国文急喝一声，不顾一切的施展了陆地飞腾之术，向着下榻酒店方向狂奔而去。这、哎，千万不要出事！不要出事！不要出事,要出事啊！这、哎，温国文心焦如焚，跑了几步，不自觉的太慢，抖手祭起了烽火二胡祭起一道火龙，向着身后一打。这、哎。 便宛如发射的火箭一般，屁股冒火，急速腾空，射向酒店方向。艾丽云突然感到了一阵的心悸，猛地从床上翻身坐起来。雍博文接到奥列格消息之后，立刻带人赶往救援梅亚轩和凯瑞。艾丽云没有跟着去，而是留在了酒店。跟着雍博文的。 有杀伐无双的潘汉义，有高深莫测的濮阳海，还有上千作战傀儡和地狱魔王，这种阵势，别说救人了，扫平维尔纽斯也足够了。雍博文不仅仅要去救人，还要展现出自己的决心与底线。这不是给布鲁克斯夫人看，的，而是给海默布鲁克斯看。的。海默布鲁克斯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妻子在做些什么？ 尤其是他要针对的还是雍博文这个目前最重要的合作对象，可是他没有阻止。很显然，是一方面也有让女儿得到解脱的倾向，另一方面还是想通过这次行动试探雍博文对于这个合作的大底底线在哪。而雍博文现在就要用行动明确的告诉海默布鲁克斯他的态度。这种场合。 艾丽云觉得雍博文独自去，一个人亮相就足够了。他要做的就是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向前猛冲，而不需要去分抢他的光彩。艾姐，怎么了？梁月几乎在第一时间跟着坐下，他就睡在艾丽云旁边的床上，真正的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这是濮阳海的要求。 对于玛丽卡的出逃，濮阳海显得比谁都紧张。虽然只剩下一道残魂，但是在濮阳海看来，显然依旧会造成不可测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有极大的可能涉及到雍博文和艾丽云两个至关重要的人。这从他们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尽管他什么都没说，但是态度足以说明一切。没什么。 突然有些心慌，艾丽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神情却依旧没有放松，手指快速的掐算。只要有一定水平的法师，都不可能毫无来由的心血来潮。越是严重的突然感应，意味着即将发生的与其有关的事情就越发的严重。 数理推算虽然不是龙虎山的强项，但是基本的方法按理云还是会的。尤其是这次星季来的这么清晰明显，显然事情几乎近在眼前，哪怕水平再半吊子，也能推算出一二大修，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 第六百九十三章，艾丽云几乎就在推算出结果的同时，立刻扭头对梁月说道：“穿好衣服，我们走。”啊，做什么？梁月立刻换下睡袍，动员人手，大约是要有客人来了。艾丽云飞快换好衣服，一马当先往外走。当他走到卧室门前的时候，正要拉开，梁月却习惯性的。 推先一步，挡在他的身前，拉开了房门。这个保卫工作的习惯性动作，让艾丽云免遭遇难，却把她自己投入了几乎必死的处境。门方一打开，一道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随风而至的还有一线锋锐的利刃，几乎就在眨眼功夫就到眼前了。 这个时候就看到梁月的水平了，士气突然，梁月没有闪，没有避，也没有退，不假思索的捏破了胸前挂着的一块玉佛，双手翻起法印，夹着玉佛碎片，向斩来的利刃，迎风打了过去。当一声脆响，血光四溅，梁月两只手几乎被剖开，却成功挡下了那一击的突袭。啊 艾丽云一把将梁月拉到身后，微一启唇，蓝幽幽的剑光喷吐而出。站在客厅中的那个男子未及反应，直接被剑光在脖子上转了一转，大好的一颗头颅离镜飞起。<laughs> 艾丽云旋即退后，反手将房门重新带上，绷指飞速的在房门上写画，只见过处木屑飞溅。 竟是在门上刻了一道符箓。伤的怎么样了？他反身扑到床头，将放在那里的平板电脑取了出来。平板电脑中存着数百战斗力强劲的以妖魔精魂炼制的黄金力士傀儡，只要释放出来，再多的敌人也足以抵挡一会儿。艾丽云无疑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 不管突袭者来自何方，他都要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突袭，不然无论是雍博文赶回来，还是东欧法师协会闻讯赶来，他们都将无功而返。<laughs> 杨月咬了两条衣襟，将受伤的手掌包上。我没事，小心！他突然厉喝一声，猛地扑了过去，将艾丽云撞到了床上。轰轰的连声的闷响声中，墙壁。 窗子同时粉碎，四个巨大的、边缘布满利齿的圆轮嗡嗡的旋转着，斩破一切阻挡，在室内交错的飞过。这一惊一过，床击物品尽皆被搅得粉碎，包括艾丽云放在床头的平板电脑。敌人根本就从来没有想过正经的走门，直接破墙。 而来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家凡住如来加持广大金刚法界功，一切持金胎者皆悉集会。如来信解游戏神商大楼宝玉，高无中边，诸大妙宝王种种监视，菩萨之身为狮子座，其金刚名曰。 虚空无垢之金刚，虚空由布之金刚，虚空生之金刚，被杂色衣之金刚，善行布之金刚，助一切法平等之金刚，哀悯无量众生界之金刚，那罗严力之金刚，大那罗严力之金刚，妙之金刚，圣讯之金刚。随着喃喃的低沉的经文念诵之声。 四个穿着血色僧衣、赤着半边臂膀的和尚，自圆轮展出的破洞，迈步走进卧室。飞舞的巨大的圆轮快速的缩小，落回到四个和尚的手中，现出自身。那不过是个人头大小的锯齿圆盘，一端镶嵌在一个圆棍上。 用的时候随手一甩就能抛出来，只是那自由变换大小却是武器上附加了法术的缘故。若是潘汉义在此处的话，必然会一眼就认出，并且惊呼出声：“石轮飞盘。”这个东西是石轮金刚的主要武器，在外域战场上不知收割了多少战士的性命。 只是这四个和尚拿在手里的石轮飞盘，显见的比石轮金刚所使用的尺寸要小的许多，大约是一行魔法。四个和尚走进屋里，分四个方向站定，向着艾丽云微微一鞠躬，齐齐的停止诵经，大声说道：“金请女施主同正大圆法，且走且走。走” 艾丽云与梁月从地上爬起来，背靠着背站着，警惕着看着面前的四个和尚，狠狠地吐出四个字：“十轮转劫。”奥列格听到轰然炸响，便立刻跳了起来。作为一个报信者，同时又希望藉此达成某些目的，奥列格自动自觉地留下来，等待雍博文救回梅亚轩。 他从自己所得的各种关于雍博文的情报判断，雍博文绝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而且，雍博文已经知道了他是俄罗斯的奥列格，想必也明白他还有极高的利用价值。俄罗斯目前的局势对于雍博文而言是最有利的。虽然他支持乌利亚娜，但显然不会希望乌利亚娜重新统一整个俄罗斯。那么？ 他这种与乌利亚娜必然不共戴天仇敌，自然就是最好的敌对力量。坐在门口看守奥列格的两名法师也跳了起来。这些跟随着雍博文的中国法师，年轻的让奥列格都有些嫉妒。更可怕的是，他们虽然年轻，但是那种身经百战的气质却是再明显不过了。 中华法师协会不像东欧法师协会，最近几十年来，法师们都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和平安逸了许多的国度，战事少得可怜，几个人群殴打伤几个小手指头都能上协会官网头条。天知道雍博文是从哪儿划了出来这么多有战斗经验的法师啊！有水自窗口的门缝流进来。 宛如大河奔流的轰鸣水声在室外响了起来。两名广阳派弟子自剑匣内拔出长剑，默默念诵咒语，身上同时浮现出一圈圈淡淡的光华，看起来好像是激起了一层保护罩。两人旋即跑到奥列格身旁，拉着他往中间一挤，两人身上仿佛泡泡一般的光华立刻融为一体。 将三个人都包裹在其中，两名广阳派弟子几乎同时出手，向着某个方向涌来的洪水刺了一剑。那洪水中响起了一声惊诧的低呼，一个半透明的人形自水中一闪而过，险之又闪的避过了刺来的长剑，消失在了洪水之中。其中一名广阳派弟子持剑连刺，每一剑。 定会逼那个半透明的人影现出身影，而另一个广阳派弟子却收起了剑，从剑匣里拿出一支肩扛式的单兵火箭筒来，往肩上这么一扛，启动术法追踪器，往眼前一瞄，一颗火箭弹在水中爆炸，顿时将那个人影给炸了出来。那个半透明的人影惊呼着。 逆着水流连连后退呀、啊，最后自粉碎的墙壁中退了出去。奥利格看的是暗暗心惊不已呀、啊。他是情报头子，见多识广，自然认出那来自袭击者自然是欧美术法界大名鼎鼎的恐怖袭击者水妖精，素有“恐怖女王”之称。他以水掩形，精善偷袭刺杀，素来是无往不利。 可是这一次却是三下五除二就被雍博文两个手下两个法师给逼得无功而退。这两个年轻的看起来有些稚嫩的法师这么强？妖怪！扛着火箭筒的广阳派弟子问了这么一句，看到同伴肯定的点头之后，立刻不假思索的捏碎了随身带着的一块圆形玉佩。尖利的警报声立刻在整个酒店上空响起。 所有的中华法师协会代表团成员都闻声而动，尤其是李瑞流啊，更是连外衣都没穿，直接启动随身电脑，往外释放着作战傀儡。巨大的作战傀儡站起来，直接将他的房间给顶穿了。一只鹰在刺耳的警报声中突然飞起来，在高空中盘旋着、飞舞着，越升越高。 随着高度的攀升，视线越来越广阔。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整个酒店都突然从安静变得热闹起来，处处都是战斗的爆响，无数人与怪异妖魔的影子在穿梭着、憨斗着、大呼小叫。艾丽云和梁月正在与四个血袍和尚激烈的战斗，法术爆响不绝，是所有的战斗中最激烈的。 但是凝神战斗的艾丽云没有发现，约莫三十余米外的周遭已经站了一圈的红袍和尚了，正准备即将加入战斗而在更稍远的街上，一对近千数量的东欧法师正急速的对酒店展开包围，带着各式的轻重武器，看那架势，绝对不是要对酒店里的中华法师协会进行支援，而更像是要展开进攻。 奔走在队伍最前方的，正是曾经拜访过奥列格的伊利伊维奇。再往更远处，一团熊熊的烈焰立于街道上，在暴雨的浇落之下，不但不见熄灭，反而更加的旺盛。就在烈焰前方的数百米之外，数量庞大的作战傀儡和地狱妖魔潜伏在了街巷之中，随时准备作战。 天堂之门洞开，天使降临。雍博文独自撑着雨伞，护送着米亚轩，正与来到近前的天使交谈着。更远的地方已经看不清楚，但是隐约可见，似乎有极大的骚动，似乎是作战法师部队在紧急调动过来。鹦鹉飞舞着，昂起头，似乎是在无声的鸣叫。 盘旋着，收敛的翅膀，向着激战中的酒店急速降落，目标正是艾丽云所在的战场。这个时候，一个身材极其高大的和尚突然凭空在战斗的数人之间出现，微微这么一抬手，似乎要迎接降落的鹦鹉，就这么漫不经心的一抬手，撞上了艾丽云摇摇欲坠的飞剑之上。 艾丽云的飞剑就这么被一撞，顿时大颤，斜斜的飞了出去，竟然有些失控的迹象。艾丽云的喉头一甜，吐出一口鲜血，急忙的收回飞剑。这足有两米多高的和尚一出现，正在围攻的四个红袍和尚便停下手，退到四方，恭敬的合十礼敬。这个奇高的和尚，赤裸着上身。 满身纹着梵文的佛经，那些佛经的字迹居然是活动的，不停的在他的身上游走着，似乎在自动的念诵着经文。透着一丝血色的金光自和尚的身上透出来，一个圆月盘的光环照在他的脑后，往那一站呢、啊，真好似罗汉降生，真佛转世。 青龙金胎。那个和尚一开口，声音低沉，震得满场嗡嗡作响，一时间是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只留下他吐出的这四个字。更离谱的是，他张口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便有四朵带着血色纹案的白莲自口中飘出来。 飘飘然的向着艾丽云飞了过去，梁月不由自主的哆嗦起来。言出法令，舌灿莲花，这是金刚大境界肉身成佛之相啊！眼前这个和尚已经高到了远远超乎他想象的地步了。艾丽云不了解密宗方面的法术，但是刚刚那个和尚只随意的一抬手，就击在他剑上心神尽碎。 几欲失手，这等水平，怕是比起三师叔祖来也不慌多让，绝不是他所能比拟的。小文，艾云在心底低低念了一句，咬了咬牙，向天空记起飞剑。那个口吐莲花的和尚微微的一笑，屈指这么虚虚的一弹，那冲天而起的飞剑。 爆起了一团雪亮的光华，艾丽云立时失去了对飞剑的控制，狂喷鲜血，脸色惨白。鹦鹉扑棱棱地落到了和尚的肩膀上，展翅冲着艾丽云尖叫着：“青龙金胎，青龙金胎！”声音尖利刻薄，充满了怨毒，令人听了不寒而栗。和尚轻轻抚摸了鹦鹉一下，鹦鹉便立刻住嘴。 也去。两朵血纹莲花自口中吐了出来，落地化为一道幽幽的门户，血光闪烁，方起便自其中传来阵阵的凄厉声响，似乎有无数的人在哭啼，又似乎有不知名的生物在嚎叫，又好似灵魂在受尽折磨而不由自主的嘶声。 和尚的身形微微的晃动，倏地从原地消失，下一刻已经出现在了艾丽云和梁月的身前，伸指轻轻的一点，哼<呵>！艾丽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手脚不听使唤。梁月的内心恐惧之极啊，但是仍然鼓起勇气，捏起法印，奋力向着和尚打了过去。嗯、和尚抬头看了梁月一眼，点向艾丽云的手。 指向梁月，轻轻的一点，啪、啊！梁月整个人便砰的一声爆了开来，化为了一团血雾。梁月，爱妮连叫都叫不出声，只能在心底悲鸣。他的五感急速的丧失，看不清，听不明。 嗅不到，感觉混模糊中，有人把他扶了起来，似乎在往前走。又有人喝着跳出来拦截，爆响，惨叫，乱成了一团。不多时，在他五感尽数之前，他感觉到周身一凉，似乎进入了一个极度的阴森的寒冷的环境。 整个人向着无尽无边的黑暗挖去。就在永久的坠落黑暗的那一刻，他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穿破了法术的阻碍，穿破了空间的阻挡，直入他的内心深处。是那个与他心心相连的爱人，来自最急迫的内心深处的呼唤：“小云姐。” 永博文到了，在最终失去一切可能联系的最后一刻，永博文终于赶到了。虽然看不到，听不到，虽然失陷于敌人之手，虽然命运未知，却还是安安的放下心一切就都交给你了。 小文终于进入了永恒无边的黑暗。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第六百九十四章，艾丽云的长剑在颤抖。虽然已经失去了联系，但是作为本命的法器。 飞剑依然能够感应到主人的基本情况，他的颤抖说明了艾丽云的情况极为不好。雍 <laughs> 博文心焦如焚，搏命狂奔，把身后的大队人马落出好远。上千的作战傀儡，地狱魔王几乎同时从隐藏的地底上起来，开始狂奔。 轰隆隆，闷雷一般的脚步声传遍了整个维尔纽斯，惊醒了满城的法师。布鲁克斯夫人脸色惨白的软倒在了台阶上，看着那一路摧毁整个维尔纽斯的队伍，在街道上如同洪流一般狂奔而过，快，还要更快！ 前方，火光熊熊，一团烈焰阻挡在了正中央。那个烈焰光芒万丈，其中隐约可见一个模糊的人形。烈焰的人形发出低吼，熊熊的火焰自脚下仿佛铺展开的地毯一般延展着，沿着街面延伸，所过之处，街边的积水啊。 尽属的蒸腾化为了浓浓的水汽。哈，哈哈哈，雍博文，我是雍博文，连稍停都没有，踩着烈焰依旧向前猛冲，反手自背上的剑匣中拔出长剑，呀呀、啊，啊、摇斩而落，<laughs> 不动明王破魔剑，破魔八剑第一式，不动明王破魔剑。 至阳至强，专破一切妖异邪魔，无坚不摧。凛冽的剑气化为一道狂龙，卷向了烈焰的人形，所过之处，地面的火焰尽数被熄灭，空中的暴雨为其庇护。那个烈焰人形原是想报个名再动手的，要说他也不是无名之辈、啊，本身就在欧美赫赫有名，不说。 更是妖魔之间仅次于异种联盟大型妖魔组织的头领。只不过异种联盟在明，他们在暗，专司暗杀、破坏、恐怖袭击。水妖精就是他的部署，袭击春城、暗杀于城市等等一连串的行动，也都是出于他的手笔。异种联盟只不过是背了个黑锅。 他很想就此说出这些，展现一下自己的力量和骄傲，让对面那个骄傲的不可一世、如同旭日一般冉冉升起、所过之处压得所有同道都抬不起头的年轻大天师知道自己的名字。可惜的是，这位大天师似乎稍欠些礼貌气度，居然连话都不多说一句，上来就砍上一剑。或许在他的眼里，妖魔都属于蝼蚁一般。 可以随便的碾压的对象吗？嘿，啊、火焰妖精愤怒了，身上的火焰更加的膨胀。可是那凛冽无双的剑意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哪还敢说话呀？急急的，茫茫后退。他急速后退了上百米的距离，将所过之处的街面全都烧了起来。坚实的地面被烧透，仿佛淤泥般这潮湿陷阱。 他在后退的过程中布下了近百个火球，就在街面的火海中不停地跳舞。火球烧处即炸，可以将整条街都炸上天。同时，他还喷出了数十只火鸟，火鸟在空中盘旋着，一只只的俯冲攻击，撞向目标。他自信，再厉害的法师面对这样的防御也要停下脚步。 再强大的法师也要暂时缓步，以方便施展法术来应对。不是，不、哦，雍博文疯了一样冲入了防御重重的火焰，一颗颗的破法手雷如同不要钱一般的被掷了出去，所过之处，蓝光似潮水一般的铺展开来。雍博文携着悠悠的蓝潮，剑若怒涛。 一颗颗的火球被劈爆，一只只的火鸟被斩落，只是还没来得及完全施展爆炸威力，就被破发手雷蓝光中百余米的防线，呼吸急，啊！火妖精大骇、啊，继续的后退，继续燃烧着所过之处的街道，凝成一道道流星一般的火线，不停的打向云博文。这火烧。 凌空而至，不触及到破法手雷覆盖的范围，威力丝毫不受影响。<noise> 用博文将降炎魔尊断杖剑使发了，宛若孔雀开屏一般，幻化起成百上千的剑影每一剑必劈中射来的一颗流星。火流星应剑而炸，崩起了满天的火雨。 雍博文剑虽然使得密不透风，但终究不是真的无懈可击。不时有火点落于身上，将衣服、皮肤烧得滋滋作响。<laughs> 雍博文毫不理会身上的伤势，依旧向着猛冲，不减速，不停留，不给火焰妖精丝毫缓气儿的回神的机会。披着悠悠蓝光，所过之处火焰尽灭，天地重归黑暗。 长街之上，光与暗此消彼长，毫不停留火焰妖精不停地退着，雍博文不停地追着，一往无前。<laughs> 不能再退了！火焰妖精突然感到一阵的恐惧。他站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阻截雍博文赶回酒店。如果再这么退下去， 他的任务就等于是失败，失败，在上师的眼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个纵横欧陆，令欧陆诸豪强闻之色变的妖魔暗杀组织，也不过是上师手下一个小小的队伍罢了。在上师的眼中，他们不过就是一群听话的狗。 需要的时候放出去咬咬人，不听话不老实了，随随便便也就打杀了。火焰妖精对上师在骨子里有着无法抗拒的畏惧，而上师之上还有上师。这次的任务，上师亲自的叮嘱过，这是他的上师亲自安排的。而他的上师之所以亲自安排，是因为他上师的上师。 亲自的过问。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由那个不可望、不可及、仅仅在传说是听闻的无上尊者亲自部署并实施的突袭计划，无论哪一方面都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他，一个小小的火焰妖精，更是不能失败。 火焰妖精猛地站定，怒吼。百余米高的烈焰疯狂而起，铺天盖地，如同怒涛一般，扑向了迎面猛冲而来的雍博文。这火是真元之火，火焰妖精的本命法术，施展一次，轻则大伤元气，重则严重的退化。对于妖精，尤其是他这种元素类的妖精而言。 退化意味着灵智消退，使之七八都很难再重新的恢复。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愿意用这个招式。真火在前，神魔辟易。你雍博文再强的法力，再狠的决心，也要止步。只要能够让雍博文停下来，火焰妖精就有信心缠住他的脚步。 至少在无上尊者离开之前，让他无法前进分毫。只要能够缓过气来，只要能腾出手来，只要给他一个小小的空档，哪怕只是回一口气的时间，就足够了。可是雍博文没有停，握着长剑的大天师对扑面而来的真火怒涛视若未见，猛地冲入了火海。 凛冽的剑气硬生生的在火海中分开了一条道路，被烧得满身焦黑的雍博文破火海而出，带着尚未熄灭的烈焰腾空而起，自火焰妖精的头顶上一跃而过，哼，向着酒店狂奔而去，竟是理都没有理他。朋友们，雍博文这一剑砍下来不可怕。 这一剑砍下来，砍中了，不可怕；这一剑砍下来，把他砍死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轻视啊！而比轻视更让人伤人的，是无视。深感受伤的火焰妖精大怒，同时也因着任务失败而带来的浓浓的恐惧，他转身的打算追，可是身后。 风声急响，火焰妖精大厅急急的向旁边闪避，一剑斩落街面。轰然的炸响声中，掀起了数十米长的一条灰龙，街面尽数的被渐进向前。持剑的独臂中年法师。 带着满身的烈焰，自火海中跟随而至，一剑便斩断了火焰妖精追击的念。紧跟着另一道身影，也自火海之中飘然而出，持着翠绿竹杖的瞎子抛下了一句：“我跟着去，这里交给你。”看都没看火焰妖精一眼，紧追雍博文就走。 这是我拼了老命施展出来的真元火海啊啊！你们一个、两个、三个的，能不能不要这么像汤和狗一样随随便便,便就过来啊？你给，你给我点面子啊！火焰妖精几乎要泪流满面了。还有什么施展出压箱底绝招之后，却发现根本连引起对方重视的资格都没有？更让人或者妖精绝望的呢？交给你了。 潘汉义没有半分的纠结犹豫。这个雍博文身旁的保镖啊，每次都是贴身跟着雍博文，毫不退缩的，但此时竟然没有半分的犹豫。胡杨海的本事在潘汉义看来也是深不可测，跟着雍博文自然不比自己跟着差到哪儿去。而另一方面，虽然雍博文接连的逼退使火焰妖精毫无建树。 但并不代表这个火焰妖精的本事真就比雍博文差很多。潘汉义是个大行家、大高手，在外域与妖魔百战余生，自然一眼就看出这个火焰妖精是极厉害的地势只不过雍博文呢毫不犹豫的一往无前，打乱了他的计划，让他根本就没有施展出全副本事的机会。这样一个敌手，必然需要人牵制住他。 当然，他们这个思想要是让火焰妖精知道，啊，不知道得骄傲的上天了。且说，甩掉了火焰妖精，雍博文一面沿着街道狂奔，一面系起了疗伤符，是连贴带烧。情况不明，他不敢使用千魂痛飞行，那等于是在空中竖起一个靶子，让人去打。一旦受到攻击，前进便会立刻受阻。 所以他没有用千魂痛，而是使用了陆地飞腾之术奔跑，而且打定主意，哪怕泰山压顶、黄河阻路、天崩地裂，绝不停止向前，哪怕是死鬼魂，也要依旧向前飞。近，更近了，酒店近在咫尺，战斗此起彼伏的轰响已经清晰可闻。 法术争斗的光华与这黑暗的街面，前方街巷处出现了隐隐约约的大队的人影。那是东欧法师协会作战法师部队，全副武装，正在街面忙碌着布置，隐隐有法力波动透出，显然是防御法阵之类的东西。路障已经拉起来了。 持枪的警戒法师看到狂奔而来的雍博文，警惕的抬起枪口，在大声喊着什么。可惜雍博文身边没带翻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雍博文完全没有停下来解释分说的想法，直接向着作战法师的队伍冲过去，高举起自己的紫色徽章。徽章在黑暗中亮起了一片光晕，分外的清晰明显。 目前，在整个维尔纽斯只有两个紫挥会员，一个是海默布鲁克斯，一个是雍博文。就算他们不认识雍博文，也应该认识这紫色徽章。由此推断出他是谁，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果然，看到紫色徽章的警戒法师激动的大叫起来。 不过，他们没有因此而放下枪，反而抬枪就开始向着雍博文射击。随着枪声响起，大批的作战法师从后面涌过来，纷纷举枪向着同一个方向，也就是雍博文奔来的方向射击。哼、啊。雍博文整个人化为了一团血雾，在弹雨之中飘忽前行，眨眼的功夫已经冲到了作战法师部队,队的前方。 啊、哦！十余个作战法师抛下了手中的枪，连起手来，大声的念诵着咒语。一束束的光芒自地面上升起，直插向夜空，如同探照灯一样摇晃着扫射着。英国文的血影化身被这光芒一扫，更是运转不畅，显露出了本来身形。滚、哦！近在咫尺的作战法师纷纷大呼着，挥舞着法杖。 准备施法攻击！妈的，滚！雍博文大怒，也顾不得其他，挥起了手中的剑，将破魔八剑使发了，是大砍大杀。近前的作战法师被雍博文砍得成片的倒地，啊！啊！稍远一些的却顾及自己人而不敢随便的攻击，只能大呼小叫的挥舞着法杖、枪支。 仗剑，硬生生地挤进了作战法师的队伍之中，以剑开路，在一片的混乱声中，直接杀穿了重围，终于看到了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那本是整个维尔纽斯最华丽、最高档的酒店，在异种联盟占据期间，这家酒店也没有停止荒废。 反而根据各路的妖魔的要求，不断的进行着翻新改进，以至于如今的风格呀、啊，混搭的千奇百怪，品味很是离奇。但是再怎么离奇古怪，也不能否认其内部设施的高级，服务的周到。异种联盟的高级妖魔们在享受这一项上，并不逊于人类。 以雍博文为首的中华法师协会代表团就被安排在此处下榻。不过，相当一部分代表团成员依然作为观察员，分散在东欧法师协会各支的作战法师部队当中。他们会按照计划，随着汇合到维尔纽斯城外的各支部队，进入维尔纽斯。如今，在酒店里多是雍博文的集团部下。现在。 偌大的范围的酒店，大半变成了废墟。法师、傀儡、妖魔还有和尚，在废墟之间纵横酣战，场面混乱到了极点。哎哎、雍博文冲进了酒店废墟，向着艾丽云所在的房间位置猛冲过去。而在他的身后，大批的东欧作战法师聚集到一处，低声议论着，指指点点。 却没有追杀上来。如果说这支作战法师部队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年轻就是这支队伍最显著的特点。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作战法师都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充满了骄傲的气息。突然，人群的后方响起了一声声低低的呼唤，呼唤声。 随即此起彼伏的响起来，人群仿佛波浪一般向两侧闪开，让出一条通路。以伊利伊维奇为首的十余个年轻法师自通路中走出来。如果在熟悉东欧法师协会高层结构的人在这里，就可以很容易的认出伊利伊维奇和他身后的这十余个年轻法师。 无一例外，都是东欧法师协会高层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年轻人。他们或是某个高层的秘书，或是独当一面的负责人员，或是作战部队中的高级将领。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九十五章。 这样一群手握大权的年轻人聚到一处，便是满满的朝气与强力。听着当时在场法师的汇报，伊利伊维奇沉默片刻之后，挥了挥手，大声说了几句话。周围的法师同时大呼响应，跟着四处散去，恢复了正常。只有伊利伊维奇站在那里，眺望着雍博文远去的方向，神色阴晴不定。 <coughs> 雍博文仗剑持斧，一路杀过了混乱的战场，来到了艾丽云房间所在的位置。这一带的破坏更为严重。如果说其他地方可以称之为废墟的话，那么这方圆数百米范围，则只能称之为瓦砾场。已经完全看不到房屋的痕迹了，到处都是破碎的砖石，而且都是湿漉漉的。 仿佛刚刚被大水淹没过一般，上百名红袍和尚聚集在这片瓦砾场上，正与数量相差不多的广阳弟子殊死的拼斗。这里，是整个酒店战场上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广阳派的弟子们正疯了一般的向着中央冲击，而红袍和尚们则结成了防御阵势，死死的抵挡着攻击。 每一轮攻击都会有和尚和广阳弟子血溅当场，倒地不起。广阳派弟子们用上了从自带法器到术法武器，所有能用的作战武器，却依旧无法突破红袍和尚的防御。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那中间的位置，正是艾丽云在酒店的房间位置。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的心不自觉的向着无底的深渊沉下去，终于再顾不上顾及目标太过明显，施展出千魂通，<laughs> 腾空而起，居高临下，看清楚了，就在红袍和尚重重防御的中间地带瓦砾之上，一道散发着血色光芒的圆形的拱门，助立其上。 那门是纯粹的由血红色的光芒组成的，透过重重的血光，可以看到门的那边隐隐约约闪动着无数令人不寒而栗的畸形怪影，仿佛是无数最丑恶的妖魔聚集在一处一样，欢快的舞动着。一个高瘦的、如同钢铁一般的赤裸着上身的和尚，正站于血光门前，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门内。 似有所感的回头仰望，恰好与高高飞起的雍博文四目相对。而在赤身和尚身后，两个红袍和尚正架着个软绵绵的失去知觉的女人，紧紧的跟随。艾丽云，那是艾丽云。雍博文呲目欲裂，赤身和尚却是冲着雍博文微微一笑，沉声开口。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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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龙护法，四朵血纹的莲花飘然出口，即射向雍博文。雍博文一声厉喝，几乎就在同时，在雍博文的头顶上方响起。若水晶琉璃一般的水妖精，高高飘于上方，举手之间，万千的水珠当头洒了下来。 小云姐，林博文嘶声大吼，展开千魂兔，向着那道血色光门疾飞而去。血纹莲花扑面而至，不动明王破魔剑，阿、啊、玛你八面后破魔剑印出击，无坚不摧，无邪不破。以无上阳刚剑士配以六字真言大明咒。 正气无双，至刚至阳，妖邪斩得神魔诸德。第一朵莲花撞上了不动明王破魔剑，千魂痛突得破碎四散，束缚其中的恶鬼亡魂尖叫着飞舞奔逃。第二朵莲花撞上了不动明王破魔剑，剑光顿消。 静力倒卷，金刚长剑寸步崩裂。第三朵莲花撞上了不动明王破魔剑，雍博文浑身巨震，口吐鲜血，长剑粉碎。第四朵莲花当面撞来，水妖精的漫天水珠便在同时落下。 与粉碎纷飞的碎剑撞击在一处，一颗接一颗的爆裂，仿佛那不是一颗颗的水珠，而是一颗颗一触即发的炸弹，炸得空中的水雾纷飞，隆隆作响。啊<呀>！雍博文怒吼着，双掌一搓，啊、嗯！记起烽火二符，一道三昧真火符。 如龙一般急射向第四朵血纹莲花，破、哦！一声如雷般的闷响，火龙粉碎，炸成了万千的火点。莲花碎裂成了片片的莲瓣，依旧向前急射着。这这，这雍博文再施风拂。 卷起了呼啸的狂风，于千钧一发之际，带着连半轻移，自他的身边撑身而过。哼！赤身和尚眉头微微一挑，收回了踏入光门的那只脚，凝立门前，向架着艾丽云的两个红袍和尚招了招手。那两个红袍和尚立刻的加快脚步，小跑着。 奔向了光门，漫天的水珠落下，封锁了前路。赤身和尚蓄势以待，只等雍博文自投罗网。前进一步，是地狱。呀！<laughs> 雍博文携着怒啸，借着天魂痛飞行的余势。 继续向前，毫不犹豫，义无反顾。水滴在爆裂，空气中充满了浓稠的、近乎让人窒息的水雾，千万条的水线如同蛛网一般密布，每一条都锋利的如同钢丝一般。 用博文冲了过去，仗着金金斧为自己加持的钢铁一般坚硬的表皮，被割的是千疮百孔，鲜血在风射染红了天空。<耶>可是他冲过去了，水妖精布下的重重的障碍没能稍稍延迟他哪怕半步的时间。 赤身和尚竖起一根食指，启唇开声：“嗡。”奇怪的声调，低沉暗哑，偏偏却震得天地为之一沉，似乎整个世界都因为这一声而颤抖。 黑色的莲花自口中吐出，带着这令世界颤抖的一声，缓缓的飘向了邪风邪雪而来的雍博文。<coughs> <coughs> 一只青竹杖木的自侧方侧了过来，杖头正中黑莲的莲心。安撒富婆富殊陀萨富达摩萨。 富婆富叔大昏。沉稳的宋永生响起。胡杨海诡异莫测地出现在了赤身和尚的身旁，重重防卫的红袍和尚却无一人发觉。黑色莲花与青竹杖一冲粉碎，雍博文冲至光门近前。 两个红袍和尚已经架起艾丽云跑进光门，只留下一个隐约的背影。<对>他毫不犹豫地踏步冲入光门。来自十轮转劫的攻击，目标直指艾丽云。很显然，对方已经知道了艾丽云的青龙金胎身份。虽然他已经没有了青龙金胎的神魂，但是肉身。 却依旧是十世轮回的金胎法身，若要一比的话，大约跟唐僧肉之类的东西差不多，还一样拥有特殊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显然对十轮转劫有着极大的用雍博文害怕他们掳回艾丽云之后便会立刻进行处置，所以绝不容许艾丽云被掳走，哪怕是拼了性命，也要把她抢回来。 什么从容不知，什么雄图霸业，通通为此抛到脑后。有那么一个人，他会陪你哭，他会陪你笑，他会因为你的悲伤而悲伤，他会因为你的欢乐而欢乐，他会恨铁不成钢的骂你，他会因为你的一点点的成绩而开心，他跟你一起长。 他会在你初次进门的时候给你糖吃，给你布偶玩，只希望你这个哭丧脸的小家伙能高兴起来。他会一直护着你，一直看着你，一直守着你。他已经成为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会为了他翻越千山万水。 你会为了他冒着被千万把刀剑斩成肉泥的风险，拐带私奔？你会为了他不惜牺牲一切，哪怕是生命，也会毫不犹豫。青竹杖碎，欧阳海身形微颤，后退了半步，没看赤身和尚，而是看着另一片被鲜血染红的空地。 神情悲痛，那是梁月被杀之赤身和尚歪头瞧了濮阳海一眼，肩头的鹦鹉突然愤怒起来，展翅高飞，嘶声大叫叛：“叛徒！叛徒！叛徒！”玛丽卡，你终究还是沉沦魔道了。早知今日。 我就不该心软，直接送你轮回重修才对。你才沉沦魔道了呢！化身鹦鹉的玛丽卡尖声的尖叫：“你胜不过自己的心魔，沉沦人间风物，甘心为青龙护法的背叛张目，妨害惠国祖师的大计。你们三脉金刚都是如此，只有我坚持祖师正道。” 我才是正确的。你已经投身曾经断世、轮回逃脱的邪魔的怀抱。他们想行的可不是祖师正道，而是想用金胎肉身做钥匙，打开封禁通道，招引无上的邪魔降临灭世。胡杨海子袖子中缓缓的抽出了另一根青木杖。 身后，浮出了黑色的漩涡。披甲持斧的罗刹恶鬼自漩涡中一只只的跳出来，无声的挥舞着斧头，向着四周的红袍和尚砍杀着。哈哈哈哈十八气印，你只修了第一印，就想与我抗衡吗？ 我等君传子青龙寺一脉，相煎何急？赤身和尚神态平静，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神情波动，连话都不说。此时见了那些受召而来的罗刹恶鬼，神情微动，吐字开声。他一说话，每一个字便都是一朵血纹莲花，飘飘然洒落地面。 落地生根，摇曳而长，白莲成片，异香扑鼻。莲花绽开，每一个莲心都跳出了一个穿着白盔白甲的武士，持着短柄的石轮，脸孔却是血肉模糊，凄惨异常。胡杨海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那些诡异的白甲武士。 罗刹恶鬼源源不绝地自身周身侧冲过去，与白甲武士与红袍和尚战在一处。红袍和尚的防御阵线经此背后一击，陷入混战，顿时被广阳派弟子冲破，整个战场陷入了殊死混战。你你正金胎不二，言出法随，心想事成。 这等大神通，正常情况下我不是你的对手。”胡杨海缓缓地说着，摘下了墨镜，露出燃烧着黑焰的双目。不过，你甘愿为天外邪魔引路，借邪魔之力正道，却是落了外道下乘，变成金台不二，也是不过是水月镜花。 只需要斩断你与天外邪魔的联系，你便无法可施了。天外金仙或有此本事，以大神通斩断空间联系，但你却不成。你不过修成行者身，何谈金刚座？一朵朵的血纹莲花不停的随声而言，越来越多的白甲武士随花而生。我不行。 自然有形的人，胡杨海微微的抬头，离得太远，不过也该到了。你以为我为什么给你费这么多话？赤身和尚神情微动，随之抬头，一束至纯至净的金光撕破重重的乌云，仿佛利剑一般，自遥远的天外斩过来。 当头落下，多赤身和尚口吐真言，这一次吐出的不是莲花，而是一个黑色的多字。剑锋即掌，硕大无匹，迎着金光飞了出去。一束，两束，三束，万千束金光刺破乌云，两只巨大无匹的手掌自云后。 探了出来，轻轻地扯着云层一撕，便将重重的乌云撕开暴雨骤停，云朵的后方露出了一张清静的脸。三师叔祖，道。 接到了艾丽云寄剑发出的信号，三师叔祖破空万里而来，显真正大神通于天际。大日如来净世咒不是你这么使的，声音如同雷霆一般降临。这等神奇之下，满城都是一片的死寂，每一个人都骇然着注视着那带来无限威压的巨大的面孔，金色的大手探出云层。 伸出食指，像粘小虫子一般，向着赤身和尚按了下来。金色手指如山而下，黑色的多字真言一触即溃，粉碎成了乌色的光点，旋即被手指冲散，消失的无影无踪。仙人不应该存在这个世上。赤身和尚。 一字一句，声音艰涩。这次没有白莲随声而出了，应声而起的是他背后的影子。那本应该贴在地面上的影子，突然人立而起，将他整个人罩在其中，不停的拉伸变大，幻化出了一尊巨大的魔神之像。头戴方冠，四面八臂，身披重甲，杀气凛然。 魔神之像瞬间长大了至少十米多高，宛如小山一般昂然的立于地面，八臂同时高高举起，迎向破天而下的金色手指。十轮天魔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三师祖的声音自九天隆隆而来，一指落下。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父亲第六百九十六章，上一回书我们说到，石轮转劫终于动手了，他们掳走了艾丽云，但是就在这个时刻，雍博文及时赶到，不料石轮转劫这方出了个赤身和尚。 神通广大呀！以雍博文的神通，暂不能敌他。不动明王破魔剑，竟伤不到对方分毫。紧急关头，濮阳海和三师叔祖赶到了。三师叔祖的声音如同九天隆隆而来一般，一指落了下来。赤身和尚。 八手齐托，魔神之相的身形向上这么微微的一弓，旋即八臂发力，奋力的向上的举了举。咦、呃呃，脚下的地面尽皆粉碎，整个身体都渐渐的没入地面哼，若是本尊，我自然不是对手；若是分身，或许能与我一战。 不过就是个小小的投影，也想冒充真正的十轮天魔吗？三师叔祖冷笑着，手指微微的加了一些力道，砰的一声，魔神之像粉碎，露出隐藏在其间的赤身和尚。靠！和尚脸色惨白，七窍喷血，一屁股坐到地上，盘膝合十。 急送法咒。<noise>

只为至，狂风骤起，周遭混乱的红袍和尚啊、罗刹恶鬼啊、广阳弟子啊，都好似落叶一般，不由自主地被风吹出老远，清出好大一片空地。胡杨海持着青竹杖，轻轻一点地面，顺着风势飘然远去。只至，如山而下。 压着光照直入大地，末至第一指节，方才停止。大地颤动，尘烟四起，飞舞起无数的泥石。弥漫的烟尘之中，一小团不起眼的金光自手指上分离，飘然飞入那不远处的光门之内。光门突的一颤，粉碎。 云端的三师叔祖，眉头微微一皱，果然好机断，势不可为，立刻毁掉门户。我倒要看看时轮转劫没了你这无上法王住持，还能搅起多大的风雨。食指微微的抬起，地面上出现一个直径逾五十米的巨大的深坑，坑底。 赤身和尚依旧盘膝端坐，喃喃的念诵咒语，光目暗淡却依旧存在，成功扛下了三十叔祖这洞地一案。只是，七窍流出的血已经由鲜红转为了浓黑，但是，和尚却在笑。<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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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天尊之神通，岂是你一个小小的仙人所能揣度？吾辈应劫而生，应劫而去，转一劫而强一分。吾自降生此世，已经历九百九十九劫，恰差此一劫而不得大圆满。今日借你之手，完成这千劫之术。 正应天尊之语，我去矣。七窍流出的黑血突然增多了，如涌泉一般汩汩流下，眨眼功夫将整个身体都演成了星黑之色，唯有天灵处依然保持本来的样子。便见那处有白光聚集，整个脑门好似个超大瓦改写的电灯泡一般，亮闪闪的，散发出无限的光明。 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似吟似唱的诵经梵语，周遭的和尚个个神情一凛，全都不顾一切的趴到地上，摆出了五体投地的大姿势，齐声念诵经文。胡杨海眉头紧锁，握了握手中的青竹杖，神情犹豫不决。 倒是那些广阳弟子毫不客气，眼见这帮子难缠的和尚突然都失心疯的趴在地上念经，立刻动手，通通击倒，施法束缚起来。空中一直努力作战的水妖精神情大变，尖叫一声，化为一团水球，砰的一声爆万千雨滴纷飞，竟是施法遁走。目的剑光漫天，无数的针一般的细腻的剑影。 凭空出现，每一剑都刺穿一个水滴，水滴万千，剑影万千，竟然无遗一遗漏。其中一个水滴发出一声惨叫，啊，化为水妖精，身体被一剑刺穿，透明的身体内隐约可见一个小小的黑影，同样被这一剑刺穿，挣扎不休，却是他的神魂被这一剑钉在了。 水体之内无法再借水逃遁。潮水妖精神魂可自由的在水中穿梭，这一击将他的神魂定住，等于是断绝了他逃跑的一切可能。一个白胡子老头，都已经白到近乎透明的老头子，踏入战场，伸手一招。 漫天剑影仿佛受到引力的牵引的流星一般，向着被定住的水妖精蜂拥而去。每一道剑影穿过水妖精的神魂，都旋即消失，水妖精的神魂便跟着暗淡一分。啊啊啊啊、水妖精惨叫着，拼命的挣扎，却是无法挣脱，神魂越来越暗，终于变得跟水一般透明无二。 那由水汇聚而成的身体，砰的一声爆开。这一回却是没有像水珠一般纷飞，那水好似被盆倾倒出来一般，湿淋淋的浇到了地上。白胡子老头没理会水妖精，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那不停透出白光的深坑中，身形闪了闪，便出现了坑内。 濮阳海看到白胡子老头，便向他施了一礼。啊，大长老来了！广阳派的大长老随意点了点头，没有应声，凝神看了看坑底，脑门闪闪发亮的赤身和尚，惊疑不定。应劫转生不定法，一个又一个年纪都看不出多大的老头子出现在大长老的身旁。 探头往坑里瞧，神情莫名。洛楚义最后出现，探头往坑里一瞧，也是叫了一声：“应劫转生不定法。”旋即回头瞧了呆头鹅一般的一众长老，转头又向四周瞧了瞧：“雍道友哪去了？”一众长老这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此行来的最初目的，纷纷施展神通四下查看，就是。 一无所获，他们是接到了潘汉义的通信，使用网络传输过来，目的就是为了支援雍博文，防止他出事。大长老第一个过来，就看到水妖精，见他也算是上档次的妖魔呀，便二话不说，先下手收拾。这个水妖精虽然是本事神通了得，但比起百战余生的大长老，那还是要差上许多的。 再加上施展遁法逃走的时候，正是他本身最脆弱的时候，被大长老以有心算无心，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便直接领了半便当了。诸位长老施展神通，没看到英博文，却都察觉出另一种异样强大的力量，下意识的抬头往来源的方向看去，均是倒吸一口冷气，齐声惊呼：“啊！” 仙人，广阳派是为什么从外域跑回人间呢？还死护着雍博文不放的，不就是为了躲避仙人迫害吗？想不到这当头碰上仙人了。正牌仙的威势，凡人绝对想都想象不到。但广阳派在外域混了那么多年，仙人也见过不少，自是知道仙人的厉害。自家门派真要和仙人放对。 连人家一个小手指头都顶不过，要不然也不至于整派开溜了。眼前这个仙人不知道是不是北方仙主一派的，若是的话，那可就是广阳派末日到了。诸位广阳派长老遍体生寒，大长老举剑灭水妖精的气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下意识的就想顺着原路往回跑。 要不说洛楚义虽然本事不是最大的，但是却能当上掌门呢，总归是有他的长处。初时一看也是异类，但旋即细看，不禁大喜啊！不是北方仙主一派的，是我们人间的仙人呐、啊。仙界的仙人不止来自人间，各位面世界多有成仙者，在仙界中按来处世界抱团成伙，各做一派。 平时是明争暗斗不休，便是仙家当家人，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的。你就像宁不齐，这样来自人间的是一派；以北方仙主为首的又是一派。北方仙主一派来自一个名唤皮卢耶的世界，形象与人间大为不同。虽然仙人都有幻化皮囊的本事，但是乌云之上趴着的这位。 明显用的是元神出窍，聚天地大元气成形的神通，所画的形象便是本源最初始的形象。这种形象是使不得幻化之术的，也就是说，元神幻化出什么样子，本来就是什么样子。这乌云之上，先妥妥于一个人类呀、啊，自然不会像北方先主那种异类团体上目了。 广阳派被北方仙主迫害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一个人间来的仙人降临，有怨没处说，是有苦没处诉，只能选择整派潜逃。但是广阳派在域外为仙界作战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为了这么大一冤屈，怎么可能咽不下这口气呢？真是没处申诉才忍着罢了。此时突然看到一位来自人间的仙人，洛楚逸当即大喜。 就想联络一下，把北方先主的恶行啊申诉一番。但是他转念又一想，不对呀、啊，仙人是不能以大神通出现在人间的。这是当年封天绝地封诸各界在人间通道时留下的规矩。与人间相邻的各界都可以来人间引领信徒，但是却绝不允许降临人手进入人间。 便算是实在迫不得已，也只能采用投影的方式，压缩力量之后投射至人间。天上这位仙人能使元神出窍幻化的大神通，显然是没经过压缩力量，他是怎么来到人间的呢？乌云之上观察的三师叔祖却是没有留意突然冒出来的广阳派，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赤身和尚身上。 眼见他血污涂身，天灵大放光彩，不由得冷笑一声。他这冷笑啊，便好似凭空里打了个炸雷一般，探手抓向了赤身和尚。那手极其的巨大，三个手指往地上这么一挖，便好似捏个小虫子一般，将赤身和尚从地里给捏了出来。 金光幻化出一道牢笼，将其囚在其中。便在此时，赤身和尚的额头“砰”的一声爆开一道雪亮的白光自额顶飞了出来，欲冲天而起，却被金光牢笼给所囚在其中，是转折飞射不得逃脱。赤身和尚的身体几乎同时寸寸碎裂，仿佛破了层极脆的外壳一般。 一只虫子般极丑恶的生物自其中爬出来。那物头大，身子细小，带着无数的触须。那一爬起来，便紧紧趴在金光牢笼之上，竟是张口拼命的试叫。转眼便将金光牢笼咬出一个大洞来。那道被球白光“唰”的一下，便往那个破洞方向飞去了。 但是金光蔓延，旋即便把破洞给补上了。哼，有意思。三师叔祖抬起左手，将那个金光牢笼放在了左手手心，托至眼前，两眼射出万道金光，直刺那丑恶的虫子。那虫子只被金光这一扫，立成灰烬。 白光转折欲急，撞的金光牢笼是砰砰作响，每一响都好似打了一个炸雷一般，震得维尔纽斯河城激荡，大地开裂，楼房倾倒，飞沙走石，迷尘漫天，宛如世界末日。金光牢笼每被撞一下，便闪一闪，闪过之后越发的明亮。 而白光，便暗淡了，只撞了那么几下，便暗淡的几乎透明，眼见便要完全消失了。便在此时，三师叔祖的形象突然闪了闪，便好像是放映的电影画面呢出现干扰一般，荡起了一线水样的波纹。人算不如天算。 剩下的事情就让小辈们来做。宛若无上天神的三师叔祖，突的急速的收缩变小。哎，洛楚义大急，顾不得猜测犹豫，自袖中取出一物，奋力向着三师叔祖方向用力的一掷。那物混在金光之中，一同收缩而去。只刹那间。 三师叔祖整个人化为一道金光越空而去，那暗淡至透明的白光趁机逃脱，循着层层的乌云飞的是无影无踪。乌云四合，暴雨倾盆而下，遥远的海南燕窝岛上亦是风雨大作。墨黑的乌云在狂风中旋转，几乎压低到了海面上方。 大海怒吼，掀起了千重的浪涛，好似被激怒的野兽一般。便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一道金光破开重重乌云，射落到燕窝岛的断崖之上。金光之中无风无雨，却有仙乐飘飘，光芒幻化的花瓣洒落而下，好似一条通往无上之域的通天大道。 金光的尽头有一扇光灿灿的大门，正在打开，隐隐有诸多神圣身影在门后列队晃动。燕窝岛断崖之上，三师叔祖遇金光昂首而立，整个人好似变成了琉璃一般，剔透明亮。龙虎山上下在派的弟子，均跪倒在地，密密麻麻铺满了山坡，神情悲痛。 不停的昂首磕头，三师叔祖元神出窍，夜空一击，大神通惊动天地，终被仙界所绝，接引他往复升仙可惜，功亏一篑。三师叔祖神情淡淡，不见喜乐，手中却捏着一块小小的玉镜。 期间引荐洛楚义等广阳派弟子形象。我这一去，人事未了，仙界又生风波。他轻轻摩挲着那块玉镜，回首看了一眼，以爱家大姑为首的龙虎山诸弟子吩咐：“我去以后，你们便入世吧。如今世界已变，在这里抱残守缺。” 终究会被世界大势所抛弃，你们可助雍博文一臂之力，借其公司之力加入法师协会，也算两全其美。而我辈未竟之事，也要靠你等助雍博文和艾丽云完成了。谨遵法令。龙虎山诸弟子齐齐叩首，埋头不起。三师叔祖。 顿金光飘然而起，步步远离人间。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似乎全无异样，却是没有谁注意到，有一片光芒所化的花瓣悄然的飘出了金光通道，瞬间没入了大海的汹涌波涛之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六百九十七章。棉花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从温暖的床上爬了起来。虽然离饭点儿还有一些时间，但是他还是决定去找些吃的来打打尖儿。 作为雍博文的家传宠物，黑猫棉花在整个博文集团都拥有着和雍大老板不相上下的知名度，没有人不知道这只奸懒馋滑、快要成精的老黑猫，就好像没有人不知道雍博文这个大老板一样。高到爆棚的知名度让棉花的生活变得是异常的惬意，啊，随便走到哪儿都有人抱一抱，哎，有人喂。 饭来张口是啊，嗯，一来伸不伸手就不知道了、哎。走道不用爪对于一只猫而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更、更多要求的吗？尤其是对于黑猫这种前半辈子都在跟庸汉生出生入死的老猫来说，现在这种生活简直就是理想的养老状态了、啊。目前它的窝。 坐在公司在人间这边总公司的食堂的边上，公司里的人专门腾了一个房间，置办了一应齐全的家具电器。棉花现在的生活规律就是困的时候趴在两米多宽的大床上睡着觉，无聊的时候起来看看电视。哎呀，这回呀、啊，终于可以随便播台，没有那个臭小子跟他抢了。 饿的时候呢，更好解决，直接出门奔食堂，大师傅们会换着花样的为他准备好可口的美食。过于懒散惬意的生活让棉花的体型快速的膨胀，总体而言就是在由一只肥猫向个圆球方向发展。顺着窗台跳出去，直奔食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大概十分钟之后，他就能抵达目的地了。 公司因为业务繁忙，各科室都是二十四小时轮班制工作的，以至于食堂也不得不跟着进行轮班，以保证饥困交加的加班员工能够在第一时间吃到顺心的饭菜。可是今天，当黑猫跳出窗子的那一刻，它的身形突然凝重。好像一下子化身了一尊雕像一般。 一片金灿灿的花瓣飘飘然自空中落下，就停在他眼前的空中，微微的颤抖。仔细看就会发现呢、啊，这花瓣竟然纯粹是由金光的光芒组成的，通体透明，隐隐有难以言喻的符号在其中流动。棉花谨慎的后退了一步。 花瓣便轻轻的向前跟随着飘动了一下，保持在他鼻子尖前一寸左右的距离上。颤动更加急了，仿佛是在急促的诉说着什么。棉花却更加警惕了，不,不住的往后退，甚至不愿意碰触这个花瓣。花瓣紧紧跟随着他的鼻尖不离一寸距离。棉花有些不耐烦了，停下脚步。 冲着花瓣呲了呲牙，喉间低低咆哮了一声。花瓣又急促的颤动起来。棉花的情绪变得急躁了，不停的挪动着步子，似乎有些犹豫不定。花瓣继续的急颤，幻化出一片虚影，让它变成了一朵绽开的花。终于，棉花试探着伸出了右前爪，向着那片花瓣抓去。 花瓣停止颤动，无声地落入了棉花的爪中，消失不见了。棉花“喵”的一声叫了一声，自窗台上跃下地面，一路疾跑，奔向公司总部办公楼，熟门熟路地乘上电梯，直奔魏荣的办公室。魏荣此时此刻就在办公室里，作为一个典型的宅男。 虽然如今他已经身家不菲，地位极高，可依然是光杆司令一个。本着以公司为家的本色，平时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的休息间里，饭在食堂吃。公司方面给他买了栋别墅，他就一直没得着空去住一下。不过现在魏荣在办公室里，可不是因为他住在这里闲着无聊找事打发时间，而是正在加班。 维尔纽斯方面传来紧急消息，代表团遇袭，雍博文情况紧急。广阳派第一时间联络他，要求他作为支援部队第一批赶过去，以确保雍博文的安全。魏荣一方面安排广阳派弟子进行大规模网络传输，另一方面与严晴若、韩雅等在家留守的高层召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通过安全部队调动决议。 在未弄清楚维尔纽斯方面情况之前，先紧急投放一支万人规模的作战傀儡大队作为第二梯队赶赴支援。魏荣在办公室正在调度这件事情棉花毫不客气地闯了进来，哎，倒让魏荣一愣。他知道雍博文家这只老黑猫相当神异啊，基本上当妖精对待也错不了，就问了：“哎，棉花有什么事情啊？” 棉花跳到办公桌上，看了看魏荣打开的电脑，又看了看桌面，抬了抬爪子，滴滴喵了几声，最后一爪子按在了魏荣在桌面上的一张白纸上，纸上，糟糟的图画着他随手记录的会议的一些内容，爪子就按在了四个大字上：维尔纽斯。你也要去维尔纽斯？ 钟总出事了，是吗？棉花，等闲不会轻易妄动。像他这般的懒，一般的事情也不可能让他动的。可是这一回，他一边刚接到维尔纽斯有变的消息，棉花便急三火四赶过来了。显然，有些事情已经超乎了他的预料了。棉花是焦躁的叫了两声，似乎是肯定魏荣的猜测，又似乎是在催促他赶紧动手。 魏荣不敢耽误，先调用自己的系统联系维尔纽斯那边，把棉花送了过去。随后沉吟片刻，又拨通了韩雅的号码。经过多年来的锻炼，当年那个求职无门的小宅男啊，如今考虑事情也更多、更深远。且说棉花从维尔纽斯这边电脑钻出来，在这边持着电脑的是一名广阳派弟子。 刚刚接了自家大队人马过来，听魏荣那边协调说啊，还要再派第二批部队，便一直守着电脑待命正等着第二批大队过来呢，没成想却见老家那边送来一只黑猫，耶、yeah?！不由得大感迷惑呀，难道这一只猫也能算是第二批部队吗？难道这猫是个什么了不得的妖兽不成？ 可是左看右看都没有半丝妖气，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只家猫。如果说有什么特异之处的话，只能说这只猫实在是太胖了啊！跑在地上简直就像个圆球在滚。棉花没理会那个迷惑的广阳派弟子，左右的嗅了嗅，一路小跑的穿过酒店废墟，终于来到方才雍博文激战的位置。 赤身和尚与三师叔祖的惊天一战刚刚结束，地上的深坑中，油渍冒着烟尘一般的浓尘。广阳派弟子正将俘虏的红袍和尚们纷纷施加法术禁制看押呢，而濮阳海和洛楚义等广阳派长老则聚在一起，神情凝重着，在讨论着什么。那是光门消失的地方，而雍博文和艾丽云正是在此先后进入光门。 这围在一处的都是术法高手，身经百战，见多识广，对着那处地面是指指点点，还布设了几个法阵，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上保留好那道门户留下的痕迹。传送法阵撕裂空间，以法力标注位置，传送距离越远，对空间伤害越大，留下的痕迹也就越明显。 如果能够根据这痕迹摸清传送法阵的基本构建理论，就可以根据理论逆向推导，计算出传送法阵的位置、距离和目的地，最终实现重新构建该传送法阵。大长老捋着雪白的长须，我看这法阵使用的跳跃空间断点之法，理应按着三步传导的法术进行重新建设的。 却有一个长老连连摇头：“哎，不妥不妥！跳跃空间断点之法所需法力支持极大，我看这遗留痕迹并没有那么重，法力相对较弱，支持不了这个法子。极有可能是顺序定位借道之法，借助已经有的空间裂痕作为传输通道，应当按借道之法先摸清这一点的空间裂痕。” 然后以大推进之法进行探路，只要能找到传送痕迹，便可以轻松地重新构建了。胡杨海却断然说：“你们都是道家流派，不知我密宗法术之秘，这分明是宝筏飘渡之术，以肉身为筏，以法力为堤，束缚空间乱流，直接借乱流之力飘向定好的方位。” 待我施展气印，再造此门。说着话，乌袖子便要动手。一面之词，千万慎重！一众长老齐声反对。洛楚义对空间传送法术不在行，眼见众人争执不下，只能催促：“不管怎么样，要尽快拿出主意。耽误的时间越多，这痕迹越淡，就不好追踪了。一旦拿定主意，重新建构。” 原有的门户痕迹就会被新门户的法力波动所掩盖清除，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一次机会来重新建构这道空间传送门户。若是失误，就再也没有重新来过的可能。众高手争论不休，各摆理论，变得是面红耳赤的档口，忽见一只黑猫在众人的腿缝里钻进来。 蹲在那光门消失的地方，眯着眼睛，似乎是在打量着什么。棉花，你怎么也来了？这只庸大老板的家传宠物啊，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洛楚义这一派掌门也是认的。棉花没工夫搭理这个洛楚义和围观的众人，在那个位置上上下打量了几眼，突然伸出爪子在空中划拉了,了几下，看起来好像是在挠门一样。 爪尖上闪过了一道淡淡的金芒，那爪子挠过的地方便好像被撕裂了一般，露出了一道绿莹莹的口子。喵！棉花滴滴喵叫了一声，低头猫腰，顺着那个口子钻了进去。去去去那绿莹莹的口子闪了闪，旋即慢慢的缩小嘿！一众高人面面相觑，突然醒悟过来，一窝蜂的也打算冲过去。 各施手段加固这个稳定，那个小小的绿色裂口。正手忙脚乱的档口，只见潘汉义单手拎着个火球，箭步赶过来了。啊，情况怎么样？啊？雍总没事吧？不是让你紧跟雍总吗？你跑哪儿去了？雍总出事了吗？洛楚义三言两语将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其实他过来的时候，雍博文已经钻进来了。 这些内容还都是听濮阳海说的呢。潘汉义听完，面色惨白，大为自责，一把抛掉手中的火球。啊，那是火妖精核心命心，被潘汉义生生挖了出来，死的不能再死。只可怜这位横行欧陆，策划了无数恐怖袭击事件，最终袭杀余城市的恐怖大头子，连在雍博文面前报个名的机会都没有，只亮了个相，就领了盒饭了。 汉汉一屁股坐到地上，拍地气道：“哎，都是我的错呀！我要是紧跟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如此冒险呐、啊！我对不起雍总，对不起门派呀、啊！”别急，事情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刚刚棉花已经成功重新打通那个空间传送通道，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将其重新的架构复原，就可以挥军支援雍总了。 师弟，你精通空间传送法术，也去看看吧。潘汉义这才从地上又站起来，也凑过去研究棉花留下的那个小小的绿洞。便在此时，忽听四下轰然，也不知道是多少人在呐喊了，跟着枪炮声大作，但似火雨一般从四面八方兜头盖脸落向整个酒店废墟。 这落下来的各种的枪弹，都是加持了各种攻击破坏性的法术的。在场的法师虽然个个都是本领不凡啊，可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蒙头转向，一时间纷纷架起各类的防护法术自卫，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受到攻击是肯定的。只片刻功夫。 废墟上的作战傀儡便开始向外围反击，一时间是弹如雨下，火炼往来，映红了半个维尔纽斯的夜空。这仗打的有些糊里糊涂。濮阳海、潘汉义和广阳派出高人不理这些，专心研究那个小小的绿色通道。骆楚义却自己去寻找李瑞流，以便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如今广阳派。 洛族地域殖民地又整派加入公司，尤其是广阳派弟子作战丰富，多加入雇佣兵公司做战术指导顾问。所以，洛楚义在整个公司除了雍博文之外，最熟悉的莫过于是梅亚轩和李瑞流了。他在来的时候已经知道李瑞流等人都在这边，如今作战傀儡一反击，十之八九是李瑞流指挥的。洛楚义穿过了大半个废墟。 最终，在一处半塌的一层房间里找到了李瑞流。李瑞流已经在这里建起了简易的指挥所，正指挥着手头的作战傀儡部队进行反击。这次进军维尔纽斯，因为还要准备参加入城仪式，所以李瑞流把大半的傀儡作战部队和地狱魔王部队都留在了城外，以便参加仪式。这么大数量的部队进行存住释放。 也是一件极耗费时间的工作，所以李瑞留在工作开始之前，便再也没有把这些部队重新存入电脑里。现在除了雍博文一开始带走的之外，李瑞留手头剩下的不过三百多座战傀至于地狱魔王，只有四百多个，面对四面密集的攻击，委实有些捉襟见肘。潘汉义进到指挥所的时候。 李瑞流正在对两个手机不停地左吼右吼，一面说：“妈的，立即动员，估计入城！敢于拦阻者，都是敌人。”魏经理，快点调度，把第二批增援部队投送过来，非得给这帮龟儿子好瞧不可。洛楚义等他把两个电话都挂了，这才抽空上去问外面什么活跃事啊？怎么情况、啊？李瑞流瞪着血红的眼睛：“这帮王八蛋想过河拆桥。” 好啊，今天我就让他们明白明白什么叫马王爷有三只眼。如今李瑞流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方诸侯了，经过的大事巨变也不在少数。论理来说，处变不惊、沉稳有加，这才是大将风格。而李瑞流在几次大事上表现之上，都充满了表明他确实拥有这种大将风格。正常道理来说，这种时刻。 李瑞流应该很冷静地观看各方面报告，第一时间与海默布鲁克斯方面的联系人进行沟通，质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海默布鲁克斯已经充分表明了他与雍博文结盟的诚意，而且他也与雍博文结盟的现实需求，不可能出尔反尔搞这种莫名其妙的突袭。这种事情对海默布鲁克斯没有任何好处啊！这位大降魔师。 这脑袋让驴踢了才这么做呢。而且李瑞流手头的力量足够进行稳妥的防范，或许无法反攻，但是仗着强大的火力，也足以让来犯的敌人不能寸进可事实上，李瑞流却是急吼吼的、火冒三丈一面调动城外的作战傀儡入城参战，一面催促魏荣调动第二批增援队伍进行传送，大有扫平维尔纽斯之势。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在对一种联盟作战的时候，作战傀儡部队已经用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了他们这类战场上的巨大优势。别说东欧法师协会目前只有部队作战部队在维纽斯，就算是全都推上来，那也不够看。没有任何沟通，反应如此过激，简直就不符合李瑞流一贯的行事风格。 洛楚义不禁叹了口气：“你知道雍总的事情了？”哎<唉>，李瑞流一屁股坐到座位上，点了点头，冷冷说：“你需要控制维恩纽斯。”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 第六百九十八章，整个维尔纽斯的上空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监控傀儡，一旦李瑞流有需要，便随时可以将任何信息传输过来。只不过监控信息过多，他只能有选择的进行挑选。在此之前，因为担心雍博文会有麻烦，他的监控重点一直放在了教堂那边。 待到十轮转劫袭击酒店的时候，才把监控重心转回到酒店位置。整个交战战场一应细节尽在李瑞流掌握之中，包括那些红袍和尚啊、妖魔鬼怪啊，在何处冒出来呀、啊？赤身和尚表现出来可怖的战斗力啊！三师叔祖如天神下凡一般的凌空一击，李瑞流一一都看在眼。只不过受到法力波动的影响，有些画面呢。 看得不太清楚吧，但是这不影响他看到艾丽云被劫。当时他就组织手头一百多地狱魔王赶过去支援广阳弟子抢人。但是事态发展的太快了，他这边地狱魔王部队还没调动到位呢，雍博文已经急三火四的冲回来了，直接跟着艾丽云冲进了那道光门。李瑞流虽然法术水平有限，但并不妨碍。 他认识到来犯这些诡异的和尚的强大，尤其是那个言出连将的赤身和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也让他清楚的认识到这次所要面对的敌人与以往相比起来，超乎想象的强大。在之后发生的事情也一样不漏的全都在李瑞流的监控之下呢，也知道诸位高手可以利用残余的痕迹。 反数对方的位置，重建那个空间转移门户法阵，尤其是黑猫棉花一爪子画通那个通道，使重建法阵变得更加可行。李瑞流便有了控制维尔纽斯的打算。这突如而来的攻击啊，不过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借口而已。真正让李瑞流着急上火的，绝不是正在发动进攻的敌人，而是自家情况不明的老板。 他可经不起老板再失踪半年的情况了。那个时候有有老板娘顶着，集团铺展的再没有那么开，也没有得罪多少人。现在可是连老板娘都实现了，不管门户那边有什么，毫无意外都必然是极强大的敌人。雍博文需要他们的全力支援，而支援需要一个稳固的基地和后方。 既然这个反速的门户法阵只能建立在酒店的废墟之上，那么维尔纽斯就没有任何选择的，必然成为所需要的后方基地。李瑞流相信，公司领导层讨论的结果也必然与他现在的打算是一样的。他们需要维尔纽斯囤积兵马，以备随时开赴第一线支援或是拯救自家老板。还是那句话。 整个集团都维系在了雍博文一人身上。以前或许还有艾丽云这个老板夫人作为二号人物暂时接力，但是现在两人都沦陷险境，一旦出了意外，整个集团在没有足够威信的领导的情况下，必然分崩离析。而这是集团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为了救回雍博文和艾丽云，集团上下必定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不惜一切手段，与这个重要的。 目的比起来，扫平维尔纽斯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一层面上，洛楚义帮不上忙，也插不上手。了解了李瑞流的想法，敌人有什么目的打算，又来自何方，对他而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便对李瑞流点了点头：“我回去了，我尽快拿出办法重建那个传送法阵，找到雍总的下落。拜托诸位了。”李瑞流起身。 重建传送法阵这件事情，他同样插不上手。他们这些人虽然号令千军，一呼百应，但在真实的术法水平上，那是远远不如广阳派诸人这种涉及到高级法术技巧的事情，目前也只能依靠广阳派诸长老濮阳海这样的高级术法大师了。外面进攻的是东欧协会的法师。 从稍显混乱和极差的配合进攻来看，不像是成建制的部队，倒像是临时拼凑起来。他们呼号的口号是“消灭新侵略者，还东欧自由天空”。啊，这个所谓的新侵略者，自然指的是雍博文为首的中华法师，主要就是雍博文集团。那个租借办法。 一直被东欧的某些法师认为是雍伯文意图插手东欧书法界，实行经济侵略的手段，认为雍伯文想借着染指东欧对抗欧陆诸老牌书法势力，把东欧当成踏足世界书法舞台的踏板，并且借机篡夺东欧地区的丰富书法资源。随着正面战场全面的胜利，一种联盟的威胁变得不那么紧要。 这种声音便越发的响亮，很有一部分法师希望可以撤销根据租借办法达成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议，斩断雍博文集团伸向东欧的魔爪，打消他的侵略念头。而今晚发动攻击的，无疑就是这部分法师当中最激进的那部分。所以李瑞流在听了翻译的那句口号之后，才会愤怒地怒斥他们过河拆桥。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部分激进法师的做法给了李瑞流发难的最好借口。而且更重要的是，东欧激进法师袭击与十轮转结袭击几乎同时发动，李瑞流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如果海默布鲁克斯不能给出一个恰当的交代的话，李瑞流也不介意在维也纽斯搞一场大规模的清洗。经历了地狱杀戮。 如今独当一面的李瑞流已经有了面对世界级豪强而毫不畏惧的底气，而他的底气正来自于雍博文集团的强大战斗力。这固然有自己拼命搏击的努力，但是也脱离不得雍博文给予的机会。如果没有雍博文，他李瑞流至今只不过是春城街头上一个小小的出租车司机，依然挂着法师学徒的名头。 整日为三餐温饱而奔波，期盼着哪天协会能够想起他这个小学徒，给他分配一份法师应有的体面的工作。是为知己者而死。李瑞流可以为雍博文去死，做些疯狂的事情，又有什么打紧呢？魏荣安排的第二梯队作战傀儡开始陆续的传输，同时他给李瑞流打了个电话。 在电话里，他没有问维尔纽斯的情况，也没有细问雍博文现在怎么样，只是沉着地告诉李瑞流，他已经与韩雅、严情若等驻守春城和地狱的公司高层进行了初步交流，将会坚决支持他在维尔纽斯的行动，并期待着他进一步消息。对此，李瑞流只说了一声“明白了”，便挂断电话。 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一系列事件相关的监控视频，他正在往公司发送，也不多说什么。老家那边只要看看监控视频，什么都清楚。魏荣显然是已经预先估计到了，才会第一时间与其他高层进行通气，确保对李瑞流的支持全面展开。第二梯队的作战傀儡仅仅,仅是开始。目前，地狱方面的事务主要由韩雅和颜清若临时负责。 两人接到魏荣通气之后，立即对地狱火雇佣兵公司以及地狱殖民地保安部队进行了紧急动员。第三梯队近万作战傀儡正在整装，一旦完成，随时可以出动。第二梯队的作战傀儡数量约有五千左右，这个巨大的数量已经远不是酒店范围内所能容纳的下。 在头五百作战傀儡传输之后，李瑞流当即指挥其开始发动局部反击。东欧激进法师的攻击虽然猛烈，但是在李瑞流所部作战傀儡的坚决抵抗之下，一直未能攻击酒店废墟。战术组织的混乱，战斗人员配合的不协，也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以至于当作战傀儡部队开始反攻的时候，他们竟然拿不出任何的预案。 背着五百作战傀儡，一个冲锋就打穿了包围圈，被消灭的法师足有三百余，戳破口处尸体叠垒是死伤狼藉。与此同时，驻扎在维尔纽斯市郊的作战傀儡部队，在李瑞流的命令之下，开始向市内挺进，而在市内负责防御的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却突然接到了海默布鲁克斯身边秘书伊利伊维奇的通知。 得知中国法师在城内异动，似乎有不轨打算，让他们严密监控市郊作战傀儡的动向。维尔纽斯市内有一条通往天堂的偷渡通道，这条事情虽然在法师协会内部也仅限于少数高层才知道，但并不妨碍在东欧法师协会内部流传一些不靠边际的关于维尔纽斯的重要性的传言。 而、啊、虽然这些传言比较荒唐，但是却从另一方面使东欧法师协会全体法师都意识到了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接到通知的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一旦发现作战傀儡部队以攻击态势进行向市区内挺进，立刻摆出防御姿态，要求作战傀儡部队停止前进，并且希望可以与带队的中国法师进行谈判。 同时，将这一消息紧急上报协会高层。而作战傀儡部队接到李瑞流的命令，却是清楚指示：一切敢于阻挡他们前进者都是敌人，可以毫不留情地扫平碾碎，确保在要求时间内运动到指定地点。于是，作战傀儡部队在探测到前方的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摆开防御姿态之后。 便立刻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如果说作战傀儡与异种联盟的战斗还是现代化术法武器与传统术法武器作战方式之间的对抗的话，那么现在与东欧法师协会的作战部队之间战斗就是纯粹的现代术法武器之间的较量。更讽刺的是，双方使用的主战武器都是出自同一家公司制造。一经接战。 作战傀儡部队那压倒性的火力优势便显露无遗了，而机甲反壳所提供的坚固防护更是让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一筹莫展。当面展开的防御部队很快就被作战傀儡部队击溃了。作战傀儡部队毫不停留，继续向着市区内攻击，并且按照李瑞流的指示分头控制各处要害。 东欧法师协会惊慌失措之下，一面指示各部队继续阻挡作战傀儡部队的攻击，一面试图联络中华法师协会代表团，想弄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先前在维纽斯的一连串的动静，天使降临，天国之门洞开，状若神明的通天巨人，中华法师协会下榻酒店方向巨大爆炸。 已经让东欧法师协会在维纽斯的分部乱作一团了。他们向各处派出的调查人员尚没有回复消息，以至于目前为止，他们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事实上，除了那些暗中策划的阴谋者之外，真正明白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实在是少之又少。对中华法师代表团的联络努力也遭到了挫败。 围攻酒店的作战法师部队使用了针对性的屏蔽类法术，遮断了东欧法师协会与酒店方向的通信讯号，中东双方没有得到任何沟通的机会。事实上，就算能够沟通，对于转变大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雍博文的失踪便注定了维尔纽斯这场劫难无法逃脱。相较于东欧法师协会高层的笨拙反应。 海默布鲁克斯反而对情况掌握得更清楚，因为他夫人采取的行动，他对雍博文以及中华法师协会代表团下榻酒店方向加强了监控，得到第一时间掌握了某些信息。不过，在得知有分协会作战部队围攻代表团下榻酒店的时候，海默布鲁克斯还是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他一直以为协会内部的反对声音仅仅限于喊些口号。 却万没料到，那些最激进的法师居然做出如此胆大包天的事情。他们当真以为世交十余万作战傀儡部队不存在吗？还是以为他们各个主角光环照体呀、啊，是内裤反穿的超级英雄啊，能以一当百，还是一骑当千呢、啊？海默布鲁克斯在第一时间向直属的近卫部队下达命令，要求其立刻。 向围攻中华法师协会代表团下榻酒店的不明来路部队展开进攻。也就在这个时候，海默布鲁克斯得到了各防御部队接到阻挡市郊作战傀儡部队进城命令的消息。伊利伊维奇，这个在这场骚乱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角色，海默布鲁克斯对伊利伊维奇有些印象。 那是一个很勤奋的年轻人，啊，精明能干，父母都是法师，也都死在了与异种联盟的战斗当中，因此以离一为起，对异种联盟的仇恨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一直是最强硬的主战派之一了。也正是因为他这个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才可能得到成为海默布鲁克斯秘书的机会。能干的人很多，只有受到赏识的立场坚定的人。 才能够得到提拔的机会，能够得到海默布鲁克斯的直接提拔，又跟着苗红，本人又有能力，无论从哪一条来看，伊利伊维奇在东欧法师协会这个体系内都是前途无量的，没有任何理由搞这种事情。海默布鲁克斯想不通，下达了缉捕伊利伊维奇的命令。混乱持续了整整一夜。 直到天明时分，城市才恢复了平静。不过这个时候，维尔纽斯的控制者已经从东欧法师协会变成了雍伯文集团的作战傀儡部队。市郊的作战傀儡部队与酒店远远涌出的作战傀儡部队，呈里应外合之势，一举击溃了东欧法师协会作战部队的防御，占领全城各个战略要点。 围攻酒店的那些东欧法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曾一度想撤离现场，但海默布鲁克斯的禁卫部队及时赶到，断绝了他们逃跑的可能。这些激进的法师没有任何投降的想法，喊着“诛杀卖国奸贼”和“中国侵略者”的口号，向海默布鲁克斯禁卫部队发起了决死的突围攻击。 他们的攻击没能突破禁卫部队的阵线，旋即被后方赶来的作战傀儡部队消灭了。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成为俘虏。李瑞流对于审问他们没有任何兴趣，直接交给了禁卫部队处置。海默布鲁克斯终于同中华法师协会代表团实现了联络，只不过。 出面接待他的不是雍博文，而是一直紧跟着雍博文的那个年轻女孩——军火头子于城市的女儿，已经初步有了“军火女王”别称的于纯冰。这一夜的混战中，于纯冰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作为于城市的女儿，雍博文和艾丽云的密友，在战斗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密切的保护，连亲自动手的机会都没有。 更重要的是，石轮转劫的目标不是他，也没有对他发动如艾丽云一般的针对性的攻击。于春冰在三十叔祖离去后不久，就得到了雍博文和艾丽云失陷的消息，便赶去了门户所在现场。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待在这里总是比待在别的地方要强一些。他一直在旁安静地等候着门户重建，没有打扰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他。 雍博文的铁杆部下们第一时间就相互紧急联系、通气、制定方案，但是却没有想过跟余春兵沟通，因为于春兵在余城市死的这一段时间里表现实在是有些欠佳，让集团的经理们对他处理危机的能力很有些怀疑。不过，等到海默布鲁克斯主动发起联系的时候，于春兵的清闲也就结束了。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父亲第六百九十九章，无论从身份还是从牌位和股份上来说，于纯兵是雍博文集团毫无争议的第三人。既然老大和老二现在都不见踪影，那与海默布鲁克斯沟通联系这件事情，也就只能落到于纯兵的身上了。 这本身也是对海默布鲁克斯的一种尊敬。李瑞流找到于春兵，对他简单说明了现在的情况，以及他和同僚们做出的临时控制维尔纽斯的决定之后，便把接通海默布鲁克斯的电话塞给了拖着下巴发愣的于春兵，请求他与海默布鲁克斯进行交涉。于春兵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作为雍博文集团的代表，向海默布鲁克斯表明立场。 以及他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维纽斯的打算，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东欧法师协会已经做好了进城仪式的准备工作，届时将向全球术法界进行直播，以此宣告持续了数十年的东欧战事正式结束，法师协会获得了最终胜利。而雍博文集团的要求，等于是让东欧法师协会自打自己的脸。 于春兵沉默片刻之后，只问了两个问题：是不是需要控制全城？是不是交涉事务由他全权负责？得到李瑞流答复之后，于春兵与海默布鲁克斯在电话中进行了短暂的交流，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于春兵在李瑞流提出的条件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退让，将举行入城仪式所在的市区交还给东欧法师协会，其他地区。 由作战傀儡部队占领，但是如果东欧法师协会在举行仪式过程当中有需要，可以派人借用，但警戒只能由作战傀儡部队负责，以确保始终占领。而海默布鲁克斯则同意了雍伯文集团对维尔纽斯的暂时占领，因为余纯兵在电话里没有隐瞒雍伯文目前下落不明，集团正在全力以赴营救的消息。 海默布鲁克斯听说雍博文和艾丽云实现之后，毫不犹豫的表示，如果需要东欧法师协会或者他海默布鲁克斯做什么的话，请务必不要客气，他一定全力以赴提供所需的各项帮助。锦上添花从来没有雪中送炭让人印象深刻，真正的合作伙伴也从来不只是算计，更有真诚的帮助。海默布鲁克斯希望可以与雍博文。 结成坚实的同盟关系，并达成个人友谊，而不是简单的相互利益。于纯兵对此表示了感谢，然后在小声的询问了濮阳海和洛楚义之后，毫不客气的向海默布鲁克斯提出了重建传送阵门户所需的材料方面的帮助。于纯兵完美的完成了交涉任务，让雍博文的一众铁杆部下对他倒有些刮目相看的感觉。一天之后。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根据遗留痕迹和棉花重新打通的那道小小门户，雍博文集团完成了传送阵门户的重建工作。同时，集团预计向雍博文提供支援的精锐部队也已经在维尔纽斯集结到位，只待出发。一场注定的大战即将爆发。一步冲入光门，脚下松软。 眼前竟是黑暗，耳畔传来轰轰的水的响声，诡异的影子在黑暗中重重的晃动着，张牙舞爪。火光乍起，雍博文时中二指并起，夹着到燃烧的符纸，高高举起。那火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呃，火机燃出来的火苗一般。可是光却异常的亮，于黑暗之中乍起，宛如旭日初升，光芒万丈，将漆黑的世界用得通亮。无数漆黑干瘦的凶厉的怪物在光芒中吱哇乱叫着，捂着眼睛纷纷,纷后退。那些怪物、啊、都是又高又瘦。 脑袋硕大一个，身子若麻杆一般，身披同样的乌黑的盔甲，手中挥舞着长矛也似的武器，魂不似人间的生物。光芒照耀之下，怪物延蔓的视线所及尽头，两个红袍和尚正驾着艾丽云在怪物大军之中奔走，所过之处，怪物们如潮水一般向两旁退开。前方。 是一座黑黝黝的大山，山不知多高多广，光芒照不到边际的尽头。就知道那里有座山，黑漆漆的，阴仄仄的，住在那里，仿佛邪恶的巨人在俯视着渺小的众生一般。而红袍和尚的目标就是那座山。惊愕过后。 怪物们遮着眼睛，胡乱着挥舞着长矛，向着雍博文围了上来。雍博文屈指一弹，啪！手中明亮的光符飘然升空，夜空中宛如升起了一个小小的太阳。切！拔剑在手，颠了颠，他又重新插回到剑匣里，举手挥洒，符箓如雪花一般洒了出来。 他这一出手便是真火符，怪物触之即燃，眨眼功夫便烧了一个空圈，满地都是被烧的翻滚哀嚎的怪物。雍博文拔出了远距离步伏枪，原地半蹲着，略微的瞄准，砰砰就是两枪，两道定身符准确无误的击中了仓皇奔走的红袍和尚。 两个僧人顿时僵在了当场。雍博文又换符弹再射，又给两个和尚身上粘了两道定身符，然后换弹再射，这回打的是必感符。一连气儿换了十余道符，连这个和尚个上上下下贴的是满满的黄纸。这两个红袍道人和尚原本法力是不弱的，那个定身符只能定住他们片刻。 但是架不住咱们雍大天师这一口气儿贴了十几道符啊，一时间是张口瞪眼，使出吃奶的劲儿，运转法力冲击符禄蓦的，火光一闪，有符被法力燃毁了；再一闪，又有符被燃毁。虽然吃力一些，但是也花不了太多功夫。两个和尚心中暗喜，只要那大军挡住雍博文片刻，便可以脱困。 就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很骨感。愿望虽好，现实却是残酷的。他们这边是憋着劲儿着毁符，就听到怪物大军那边是一阵阵的惊慌骚乱，不时响起阵阵的爆响惨叫。而后爆响稍定，怪物们乱糟糟的呼喊奔走，似乎是失去了雍博文的踪迹。木的。 一只怪物挤了过来，打量了两个和尚一眼，突然抬起长矛就刺，啪！将两个和尚的胸膛刺了个对穿。两个和尚连捂伤口都做不到，愕然的看着那个莫名其妙的反水的怪物，喉头呵呵作响，缓缓的软倒。最后的视线里，那个怪物形状。 缓缓的变化，变成了雍博文的模样，却、就是咱们的雍大天师啊，使了个移形换体之术，搞乱军阵，暗中潜过来了。雍博文一把扶住软倒的艾丽云，四下的怪物大华纷纷涌上来，雍博文拔出长剑，连劈了数剑，挡者无不拼命。 怪物滚落满地，是愚者畏惧后退。混乱当中，忽听一声凄厉的呼喝，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怪物将领自军中骑车而来，手中挥舞着长柄的巨斧，气势凛然呐、啊。周遭慌乱的怪物纷纷躲闪，有那躲闪不及的直接被卷入马下了，有的直接被这斧头一一下给带过来。 那马也不是普通的马，而是鹅生双脚，嘴中满是利齿。虽然有马形，但是无疑是个凶兽。雍博文将剑插在地上，自剑匣中拔出一个火箭筒来，往肩上一扛，对着那个怪物将军。噗那怪物将军果然了得呀！ 近在咫尺，反应是奇快，一斧子，呃，嗯，砍、嗯、在了飞来的火箭弹上，砰！火箭弹爆裂，洒落了火点若雨。战的怪物将领马行凶兽和周遭的小怪物满身烧的是噼里啪啦作响。怪兽将领放声惨叫，马行凶兽痛的是人力而起。 直接将怪物啊掀翻在地了。那个怪物将领腾的凶悍了，着地一滚，便站了起来，带着满身烈焰，挥着巨斧猛扑上来。金博文心话：这好家伙，你也是厉害啊！又从剑匣里掏出个机枪来，抱在怀里，来吧，就对着怪物将领是一通猛射。 怪物将领拼命的舞动着斧头格挡，奈、呃、何弹雨太密啊，还是被打的筛子也是。冲到雍博文脚前的时候，便力竭，呃，重重摔倒，瞪着眼睛怒视雍博文，嘴里还呜啦呜啦大叫着，一副不服气的样子。雍博文不管毫不客气的拔剑，啪，将他脑袋砍下来，高高举起来，向着远处一抛。 这四下的小怪哗然大叫了，畏惧退缩。便在此时，忽听远处传来轰轰作响，地皮轻轻的颤动。一个足有三十余米高的青蓝色的巨人迈着沉重的脚步而来，浑身散发着浓浓的寒气，踏过的地面瞬间结成了一片冰霜，左近的小怪进阶冻成了冰雕。 前方的小怪尽皆踩在脚下。雍博文掏出随身所带的平板电脑，打开链接，开始往外释放作战傀儡。单台释放啊，速度较慢，只放出两台作战傀儡，那青蓝巨人就已经逼近了。两个作战傀儡举枪猛射，青蓝巨人抬手一挡，寒气逼人。 一道巨大的冰晶盾牌出现在手中，将射来的枪弹尽数挡下了。青蓝巨人迟钝，步步紧逼，作战傀儡抛下了机枪，拔出背上长剑猛扑过去。只是刚一靠近青蓝的巨人，就全身结冰，跟着诡异的扑倒在地上了。却是里面的恶鬼也被冻住了。 哎呀！再释放新的作战傀儡却是来不及了，而且这个青蓝巨人如此寒冷，连鬼魂都能冻住，也不是一两个作战傀儡所能抵挡得住的。除非靠着数量优势，以海量的枪弹压制性的射击。雍博文咬了咬牙，掏出符箓往身上连贴数张，拔起地上长剑，便要跟这个青蓝巨人拼命。忽然。 一道金光破空而至，划破了无尽的黑暗，若雷霆一般，也似闪电在空中带起隆隆闷响，咻悠一声，飞落到了艾丽云的身旁。嗤，金光入地，赫然是一柄金灿灿的长剑，晃动不休，神威凛然。金光自长剑上散发出来，将艾丽云包围其中，缓缓的渗入体内。 一直双目紧闭、无知无觉的艾丽云猛地睁开眼睛，大喝一声，翻身而起，呆，四下张望。虽没弄清楚情况，但是却一眼看到持剑而立的雍博文，不禁喜极惊,惊呼：“小文，小云姐，你醒了！”雍博文头也不回，语气却是分外惊喜。艾丽云环手四顾，只见深州。 诡异非常，远处有青蓝巨人顶天而行，便知此地大约已非人间了。正惊疑间，眼前突的金光一闪，那把插在地上的金剑自动的从地上飘起来，缓缓浮到他的面前。啊、这是？艾丽云满面的惊喜，抬手握住了剑柄。啊、那剑。 当时霞光万道，一道剑气直冲云霄，破入了黑沉闷的天空之中。天空中响起一道沉闷的雷鸣，一条条纹路似的金光在黑暗之中若隐若现，仿佛天空都要破碎一般，裂开无数的缝隙，有光自缝隙中透出来。 艾丽云感受到了三师叔祖的气息与无上威能。三师叔祖以大神通将自己的人间的佩剑送到了艾丽云的面前。已经一脚踏进仙界门槛啊！仙界都偷偷游了几次的三师叔祖，在严格意义上已经属于仙人范畴，便是兵器也是大威能、大神通，可知为仙器。 仅仅凭着一道残存的剑气，便划破了此界的无边黑暗。天空中的雷鸣越来越响，滚滚而动，仿佛万千辆火车在黑暗之上疾驰而至一般。便听一声脆响，银瓶炸破，黑暗的天空掉落了一片的碎渣，翻滚落下，一面黑，一面白。 闪烁若星，一束光自破碎处落下，照进了无边的黑暗。光亮落下，引发起一片的惊呼。不知道多少的怪物在这光亮之中是恐惧哀嚎，捂着眼睛趴在地上，都不敢抬头了。哦、那碎片落地。 好似平地里炸了一个炸弹一般，巨响轰鸣，捧起了漫天的烟尘。不知多少怪物就被这么一炸，飞舞出去。啪啪啪，脆、呃呃、响不绝，响彻天地，就仿佛一块块玻璃似的碎片似的，接二连三的落下。天破了，一树，两树，三树。 千万束耀眼的阳光，穿过了破洞，落了下来。一点点，一处处，最终连成了一片片。光明大作，这混沌黑暗的世界亮了。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 千余米之外，一条大河，波涛汹涌，翻滚不休。越河而过，不知多远，有一座高峰，插天而起，直入云霄。高峰之上，红黄点点，盘山而上，竟是无数的庙宇。马蜂一般的成群的黑影，绕山飞舞，出出进进，忙碌不休。 无尽旷野之上，遍野皆是千奇百怪的妖魔，说不出有多少种，也说不出有多少数量，似乎正在集结，又似乎正在休息。那些千奇百怪的妖魔本来都躺在地上呢，这个时候，阳光破天而落，纷纷翻身而起，神情迷茫的四下张望。妖魔以种类而分。 聚成一个个方阵，每个方阵之间都站满了围攻雍博文的那种黑瘦的怪物，他们大约是黑暗中唯一清醒的妖魔，光明绽放，惊恐万分，全都捂着眼睛哀嚎不休。有那不小心看到阳光的，哎呀，顿时浑身都燃烧起来。他们本来就是黑暗中的妖魔，生于黑暗，长于黑暗，最害怕光明的啊！给雍博文掐一道符。 跟个小小太阳似的，都都恨不得捂着眼睛，更何况此等大威能，天都破了。此刻见了阳光之后，顿时大哗，几乎要崩溃了。那个青蓝巨人被阳光晒的是满身白气弥漫，抬头看天，似乎满心不解，竟是正在原地，也忘记前进了。 洪伯文大为欢喜，也顾不上探究为何会发生这等事，拉起艾丽云，穿过混乱的怪物队伍，就往那依旧闪烁的传送门狂奔。越门而过，就是人间。堪堪跑到那个门前，眼看着只差两步就可以穿门而过了，那门忽地闪了闪，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啊！ 雍博文不由得一呆，回头看向艾丽云。艾丽云也是满脸的惶然呢、啊。门户断绝，前进无路，在这满是妖魔的莫名世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父亲。第七百章。 四下的妖魔经过了短暂的迷惑之后，渐渐地清醒过来，纷纷厌恶地拿起武器，对着那些捂着眼睛嚎叫的怪物大砍大杀，还有直接拖过来生吞活剥的。一时之间，这残肢乱舞，鲜血横流，情状惨不忍睹，犹若人间地狱。离这雍博文最近的一对羊头妖魔。 赤身裸体，满身的长发，把身边的黑瘦的怪物拖到了阵中，撕扯的粉碎之后，注意到雍博文和艾丽云两个人类的存在了，顿时发出一阵的欢呼，乱糟糟就奔着两个人跑过来。哎、艾丽云挥剑一斩，剑气如长虹一般横过，冲在最前面的百余个羊头妖魔，邓氏被拦腰斩断。 跟在后面的羊头妖魔凶性大发，将前面被斩断的同伴撕扯着往嘴里就乱填，全不顾同伴仍然未死透呢，兀自是惨呼不休啊！那些个羊头妖魔一面撕咬着，一面奋力的向前奔，毫不畏惧退艾丽云左斩右杀。 只片刻功夫，便把这些羊头妖魔杀得精光，但是他却累得脸色煞白。不行，三师叔祖这剑法消耗太大了，我撑不了多久的。趁这个当口，雍博文也没闲着，而是拿出平板开始往外释放作战傀儡，一如在外域一般。 借着艾丽云的掩护，先放出十个拖着同款平板的恶鬼来，然后成批量的释放出作战回来。羊头妖魔被艾丽云刚刚杀尽，稍远处的妖魔注意到这边异常了，就开始往这边靠。这回来的是浑身墨绿，满脸、满身啊都是拳头大小的疙瘩。 长得呢是又矮、啊、又小，好似个侏儒一般。天却有一双拖到脚面上的长臂，驾驭着巨象一般的怪物，呼啦啦的就冲锋过来一边冲锋，一边从巨象的怪物的身上往前抛掷着圆球。那个圆球在空中便即爆裂，炸出一蓬蓬的粘稠的绿水，落到地上是滋滋直响。 沾到尸体上，立即燃起熊熊的绿火。尸体被绿火一烧，顿时火转过来。只是那些羊头妖魔的尸体啊，都被艾丽云斩的是七零八落了，也没个完整，便都是在地上爬来爬去，呵呵叫着，最终顺过方向，都向雍博文和艾丽云爬过来，连残肢断臂也是向前同一方向的前进。 不过，这会儿功夫，第一队百余作战傀儡已经完全释放出来，他们迅速围绕雍博文和艾丽云建起了一条单薄的防线。十余作战傀儡端着火焰喷射器，向爬过来的残尸喷出了三昧真火。那些个石块被三昧真火这么一烧，更是化为飞灰。 其余的作战傀儡则架,架起了轻重武器，向着冲锋过来的巨象怪兽猛烈的射击。密集的中远程武器攻击交叉出一道死亡火网，巨象怪物嚎叫着摔倒在地，上面的绿皮妖魔就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样，就往下掉。有一些圆球还是扔到了作战傀儡的防御阵地。 落到了作战傀儡的外壳上，燃起一阵阵的绿焰，但是却烧不穿外壳防护，对作战傀儡没造成任何伤害。只是这一批妖魔杀光了，左近边更多的妖魔冲了上来，这蔓延所及，妖魔不止几千、几百万，杀不胜杀。这个时候，那个绿蓝、青蓝巨人。 也缓过神来了，转过头看定了雍博文和艾丽云，再次迈起沉重的步伐。小文，怎么办？坚持住，家里肯定想办法再救我们。雍博文神情坚定，毫无一丝放弃的动摇。只要坚持到他们赶过来，就一定能回去。只要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 破天的碎片掉落下来，接二连三，若有暴雨，每一片落地都是轰然炸起，尘埃漫天，掀起了无数妖魔。漫野的妖魔大军被破碎的天空炸成了一窝乱蜂，乌央乌央的跑着，朝着、跳着躲避着。雍博文这块阵地也没躲过，两块碎片落到了阵地当中。 把刚刚建立好的阵地炸得粉碎，啪！十几台作战傀儡好像布娃娃一样被高高的抛起来，飞出了上百米远，落入了混乱的妖魔群当中。妖魔群疯狂地扑向作战傀儡啊，使尽一切的手段攻击，把隐藏在里面的恶鬼生生地拖出来，撕扯的粉碎，把坚固的作战外壳都给硬生生地撕成了一块块。 还有一块碎片直接落到了一架作战傀儡的头上，当场把那架作战傀儡炸得粉碎。碎片飞射出去，击倒了一圈的作战傀儡和远处的妖魔。雍博文稳定的释放着一批又一批的作战傀儡，天空碎片的造成的巨大的混乱，给他带来了良好时机。混乱的妖魔难以结成有效的攻击阵型。 那威胁巨大的青蓝巨人也被掉落的残破的天空碎片吓到了，原地一蹲，抱头一抱，背上弥漫的寒气冻成了一层厚厚的冰晶，竟然把自己给包在了冰层当中了。有天空碎片落到他的背上，炸的是砰砰作响，碎冰乱飞，却是没能伤到他。天空碎片坠落足足持续了十余分钟才停止。 放眼所望，平原被炸成了月球表面一般，全是大大小小的坑洞。妖魔不知死伤多少，满地的狼藉，尸骸如山，血流成河。远处的高峰之上，突的飞起一大蓬阴影，仿佛群蜂出巢一般，向着平原方向飞过来。近了，更近了。 可以清楚的看到了，那是一个个脚踩着飞行圆盘的和尚，有红袍，有黄袍，拎着石轮，戴着盔甲也是的僧帽，降落到平原之上，面咒始发驱赶着妖魔，集结的整队。又有一艘巨大的飞船自空中驶来，那船型像老式的海帆船。 挂有五色的船帆，巨大无比，宛如一座小型的城市一般在空中移动。船的边沿可见无数的持着利器的僧兵严阵警备。悠扬的梵唱自船中隐隐的飘出来，又有带着异香的白莲坠落，若雨似雪，所过之处，所有的妖魔尽皆拜伏于地，不敢稍有动。 雍博文已经布下了万余作战傀儡，黑压压，连天漫野。为了清除排列的阵地，不得不主动攻击四周的妖魔，以清除排阵的场地。妖魔在飞行和尚的收拢之下，也集结成阵，与雍博文这一方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战之势。那个把自己冻成冰团的青蓝巨人，恰在两军阵列中间。 范唱传来，不由得抖动，阵裂满身的寒冰，直起身子，左右看了看，低吼一声，迈开大步，转回本营。雍博文和艾丽云手握着手，紧张着注视着那艘越飞越近的巨船。虽然不知前方命运如何，却坚定地用手心的温暖，给对方以信心。 忽然，只听“呲啦”一声的细响，就仿佛后部被撕裂一般，声音就在两人的身后响起来。啊！那里原本是传送门户所在地，一道小小的、悠悠的绿光闪了起来，扩成了一个圆孔。黑色的灵巧的身影自圆孔中钻了出来，嗖的一下落到两个人的脚下。万里而来的棉花，昂起头。 向着两人叫了一声，满身骄傲的宇得意。棉花，哎，你怎么过来的？雍博文大感意外，虽然他一直期盼着援军到来，可是这先遣来的也未免太袖珍一些了吧？关键问题是妖魔大战，你一只老黑猫不老实在家待着，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 棉花蹭的一下跳到雍博文的肩膀上，扒拉着他的脑袋，使劲的是晃来晃去，一边晃一边急切的喵喵大叫，不时还有爪子拍他的额头。哎哎呀，你、哎！你、哎。雍博文被晃着是昏头脑胀，赶紧抓住棉花爪子。哎，棉棉花，不是你做什么？哎，行、哎，别晃了，别晃了，我这个干正事儿。你没看到对面那么多妖魔吗？这要打仗了。 哎呀，这行你别闹了，有话你快说。啊啊！棉花听到最后一句了，不禁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儿，用捂着的脑袋，很是痛苦的喵喵叫了两声，用一种“哎呀，没救了”的一种眼神鄙视的看着他。被棉花鄙视的大天师只好看向艾丽云求救：“小云姐，你明白棉花什么意思吗？” 棉花很期待地看着艾丽云，艾丽云认真的看着棉花，突然抓着棉花的前爪，很激动的说：“我明白了，棉花，你是想说跟我们两个同生共死？我们三个这么多年一直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对不对？棉花，我真是太感动了。不过你也太傻了吧，不远万里跑来送死。虽然这么说有些打击人，但是你是一只猫啊。” 不用情操这么高尚吗？喵！好一个棉花，差点一个趔趄，这没从雍博文肩膀上掉下去。棉花大人愤怒了，胡子翘到老高，眼睛瞪得溜圆，鼻子噗噗的喷出两股粗气，啊！突的，人力而起，两只前爪，一只搭在自己脑袋上，一只搭在雍博文的脑袋上，喵喵大叫两声，然后往旁边一倒。 跟着跳江起来，神气活现的对着对面妖魔连连的挥爪，喵喵直叫。这么复杂激烈的动作呀，对于棉花这只老黑猫而言，委实是,是难度大了点捂着了这么一堆之后，他一屁股坐回到雍博文的肩膀上，有气无力的转着头，看着看雍博文，再看看艾丽云。我觉得我有些明白了。 钟博文试探着猜测，他想让我把什么东西从他的脑袋里取出来，安到我的脑袋里，然后就可以神气的大杀四方，灭了对面这些妖魔，完全不在话下。嗯，好像是这个意思。艾丽云轻轻点了点苗欢的脑袋。那什么东西能挪来挪去，挪过去就立刻就能变厉害呢？ 除非是藏神术，雍博文脱口而出。太平道看家本领之一的藏神之术，雍汉生百年大战之时，持之以战，天下高手无往不胜，百战余生。 棉花当年就是藏神术的载体，跟随雍汉生是转战天下。如今生死关头，忠诚的棉花不远万里赶过来，与雍汉生的孙子并肩作战了。雍博文曾经研习过藏神术，不过呢，一直没有派上用场，练习的也不多，几乎忘到脑后了。可是棉花身上没有藏过备用的神石啊，有藏神术，没有神石可换。 也没有用处啊！不，小云姐，你错了。雍博文缓缓的摇头。棉花身上还有两道神石，一直都有，从来都没有动过。棉花身上有两道神石，一道是艾丽云出生之时封印进去的，是为。 青龙金胎转生之神时，一道是雍博文出生之时封进去的，是为宁不齐留在人间的转生分神。慧果作化青龙寺，舍了寄身成佛的大圆满，要积十世大功德，成就无上金胎，应对十世转生之下的灭日大劫，重新打开十方三千界的通道。 命不齐为佛道之争，借了凡间力量铲平青龙寺，一剑斩断青龙寺的石阶，就此卷入了慧果十世转生的大因果。牵连之下，不能成就金仙业位，却又因为仙界接引而不得不离开人间，最后留下一缕分神与人间转生，以应对十世之后的金胎之变。一个是密佛大德。 一个是道教玄奇，修得大神通，可算是往来世纠缠千载。眼瞅着十世纪到，金胎已成，分神落生，这千年的因果大事就要落了个结果了。不想出了个胆大包天的雍汉生，一出手便将两大高人的转生神石自肉胎之上剥离，封进黑猫的体内，以至于坏了两人的千载大计了。 如今是青龙寺的计划没了着落了，宁不齐的算计也没了依托了。两位难兄难弟啊，挤在一只黑猫的身体里，什么雄图大计都成笑话了。只是不知号称天机术第一人的雍汉生，有没有算计到雍博文有朝一日会用这一双神石来救自家性命？这两个神石都握有大神通。 随便借出来一个，立地成为高手，应对当面的妖魔大军，或许还有些吃力啊。但是总比原先要有多一分的把握呀。艾丽云一听，脸色却是大变，拉着雍博文的手：“小文，这两道神识的关系甚大。当初转生到我们的身上，本就与我们干系相连密切。尤其是宁不奇的分神，本就是从你身上剥离出来的，如今重新引入体内。” 万一有什么不妥？太平道的藏神之术，又称借神之术，剥离高手的神识，存贮于有九命窍的猫体之中。用时引神识入体，啊，便像这个电脑正负操作系统一般，啊，就跟这个雍博文和当初的花间有点类似。暂时关闭正常的操作系统，打开副操作系统。 那个神石所有的神通，历史全都掌握，性格形式也与神石变化一般。只是这神石不能久存，使用一段时间便会自动消亡。届时，正操作系统，也就是使术者本人的神石，便可自动的重新主导身体。但是宁不齐的分神本就是从雍博文的身上剥离出来的。 谁也不知道重新引入体内之后会不会就此落地生根，好似回了老家一般，占了躯壳，哎，不走了。如今，太平道主人无人精通藏神之术，也无处可问，只能冒着蒙着往身上试一试。若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就算逃脱眼前这性命大劫，雍博文本人却也再也回不来了。逃脱这肉身性命又有什么用处啊？ 真要如此，艾丽云倒宁可两个人都死在这乱军当中算了。放心，大不了我引青龙金胎的神识入体好了，正好用密宗神通来对付这帮子走邪门歪路的密宗叛徒。我怎么也不可能引宁不齐的分神搞引狼入室，不是啊？雍博文安慰的拍了拍艾丽云的手，让她放心，又看了看棉花，棉花。 你要动手了，你准备好了吗？棉花长长吁了口气，昂首挺胸，纵身跳到雍博文的平坦的手掌上，蹲坐下来，摇了摇尾巴。嘿，雍博文念诀掐咒，伸手食指在棉花的额心上，将神念缓缓的探入。 便可见猫儿专属的九个命窍，有七个空空如也，宛如黑洞；有两个闪闪发光，一个呈龙形盘转不休，一个呈剑形，气息凛然。呈龙形的那个光芒略有些暗淡，龙虽盘转，却给人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那剑形却是甚是活泼。 光芒闪亮，还不时的跳来跳去，一副不安分的样子。佛道有别，体现在神识的特征上也是更为别显。雍博文只稍一感应，便认出了龙形的便是青龙金胎神识，而剑形的则是宁不齐的分神。当下念动法诀，引那盘龙出鞘，将青龙金胎的神识与自己的神识对接。 做身体控制交换的处理。正常情况下呀，只待对接完成，哎，这法术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万想不到，就在雍博文的神识与青龙金胎的神识即将未接之际，那剑形的神识猛子自命窍当中跳了出来，噌的窜到两者之间，将青龙金胎的神识撞到一旁。 抢先与雍博文的神识对接上了。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父亲第七百零一章。上一回书我们说到，雍博文和艾丽云被困异界，被妖魔大军和石轮转劫大军重重包围。 无奈之下，即将准备啊，这个就此同归于尽，啊，就此丧生，突遭变故。就在雍博文打算坚持等到援军到来的时候，援军终于到来了，不想是一只老黑猫啊！这一看还认识，是他家的棉花。棉花干嘛来了呢？原来呀、啊，棉花是带救命锦囊来了。 经过三番两话，雍博文和艾丽云终于明白了棉花的意思，知道啊要用藏神之术。雍博文这便要使用藏神之术来换青龙会果的神石。接引体内。正常情况下，哎，这就算得了了。只要青龙金胎进入体内，便可幻化成青龙会果高僧，屠灭在场的妖魔。 可是偏偏出了岔子，万想不到，就在雍博文的神识与青龙金胎的神识将接未接之际，那个剑形神识猛地自命窍中跳出来，窜到两者之间，把这个青龙金胎神识撞到一旁，抢先与雍博文的神识对接上了。青龙金胎的神识没有对接成功，又脱离了命窍。 就好像脱离了囚笼一般，自棉花的体内脱头而出。第一次使用藏神术，居然就出了这种乌龙，被封禁在命窍中的神识还能自己抢着上前对接吗？啊啊！啊哎呀，悔不当初，当初没看书啊！如果他们有这种自由的能力的话，那么封禁的法术又有什么意义呢？哎。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以至于雍博文完全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反应，直接就和宁不齐的分神神识实现了对接了。砰！脑海中仿佛爆炸了一般，无数难言的意识碎片纷飞滚落，自身的意识好像也同时爆成了碎片一般，在无边的黑暗中飞舞、盘旋着。 与那些外来的意识碎片共舞着，凝聚着，集结着，最终在黑暗之中凝结成为一个金灿灿的巨大的神像。他背负长剑，青山飘飘，昂首而不可一世，满身的骄傲。他叫宁不齐。 唐末之时的道家第一高手，横行一时的大罗金仙，穿过千载的光阴，越过仙人之隔，神识重归。雍博文觉得自己呀、啊，无限的渺小，缩在了宁不齐的脚下，只能仰视着这通天绝地的无上存在。 无边巨大的压力如泰山压顶一般落下，似乎随时都可以把它压得粉碎。啊，这种感觉就跟这个《龙珠》里的气，啊，《死神》里的灵压，《火影》里的查克拉。嘿，硬不起，我认识你！金博文扯着嗓子大喊，不甘心屈服于这压力，不甘心就这样。 被他做踩在脚下的渺小的存在，声音出乎意料的大，轰隆隆的回荡在无边的黑暗之中。顶天立地的宁不齐缓缓的低下头，注视着渺小的英博文，双目神光灿然，神情却是异样的温和，只一眼。 那一眼之间，似乎便看穿了千年时光，看透了雍博文里外。唉，原来如此，可笑，可悲呀、啊！长生叹息于黑暗之中响起，宁不齐的目光悲悯，不似是对雍博文，倒像是自怀伤心。 一幕之悲，整个天地尽皆痛苦。突然降起了倾盆暴雨啊！黑暗之中，洪水似流，无边无际，宛若洪荒初起一般。哎，应不起，你已经死了吗？我还扯着嗓子喊呢。是，我已经死了。 需要托比当年留在人间的分神才能恢复神智。孟不齐的声音也在回荡，与雍博文一问一答，仿佛两道炸雷此起彼伏。啊！那你死了你就老实的待着呗，你跑出来抢什么戏呀、啊？雍博文继续扯着嗓子喊呢、啊，心中颇为恼怒啊，对目前的状况也是相当不解啊。 照着典籍上所说，连接成功之后，自家神识自动退出对身体的控制，由接入神识掌控身体。但他依旧可以感受到外间的种种，关键时刻甚至还可以用断掉二者连接来重新取回控制权。可现在的情况是，他连自己的身体都感受不到了，跟宁不齐共处一个空间了，这算什么节奏啊？ 我是来帮你的，宁不起居高临下地注视着雍博文。作为对你拯救广阳派的感谢，你怎么知道我救了广阳派啊？雍博文大惑不解，这不科学呀、啊！这分神不是被封在黑猫体内了怎么可能知道外间的事情呢？年货可是一直在人间待着，都没去过地狱啊，也不太可能与广阳派发生接触啊。 目前与你神识连接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留在人间转生以应因果的分神，另一部分是留在广阳派在外域雕像上的分神。我于仙界大战之中陨落之后，部分残存的神识也逃入了外域，寄托在雕像之上，空有神识，却无仙体，半分本事也发挥不出来。 只能跟着看着广阳派被逼入绝路而无能为力，幸赖你全力相救，才保住了广阳派的三分元气。这等存续大恩，怎可不报啊？宁不其声音隆隆作响。哎呀，雍博文大为欢喜呀、啊！好人有好报啊，施恩有回报，这才符合主流家庭的剧情嘛，是吧？ 标准的三观正常的故事流程，就说救了广阳派这么大的动作，编剧怎么可能就没点额外的附加回报呢？哎，这关键时刻就派上用场了吧，开挂了不是？啊，那你现在赶快施展神通，把对面那群贼和尚都灭了吧！温博文兴高采烈的大叫啊！ 命不齐，可是正牌神仙呢、啊！挥挥手，天崩地裂什么的，那不过是小菜一碟啊！灭这群邪道异端，想来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我仙体已失，仙法仅凭你凡躯无法施展，除非施展夺舍之术，灭了你的神识，入主你的身体，方才恢复三分本领。当然，凭着三分本领对付对面的乌合之众。 也不成问题，啊啊啊！雍、啊、博、啊、文吓了一跳，难不成这位大神仙想搞、啊、确战鸠朝的名堂？那他可真是是进狼入室，自寻死路了。念及至此，雍博文第一个反应就是断掉神识联系，但是他马上的骇然的发现自己与宁不齐的神识牢牢的连接在一起了。 任他如何的使法，也无法断掉。不会这样吧？宁博文是冷汗满头啊！再看宁不齐，仍然平静的看着他，小心翼翼的问：“啊，我说宁大仙啊，你不是打算玩夺舍的把戏吧？你看我这肉体凡胎的，比不得你原来的仙神法体，占了去，平白辱没了你的威名，不是啊？” 宁不齐忽然放声长笑，震的黑暗是瑟瑟发抖，整个难言的莫名的空间似乎都随时可能应声碎裂一般。<laughs> 我宁不齐纵横仙凡两界，英雄一世，难道还要靠强占晚辈的身体来重新活过吗？哎，是是是。是是 你是真仙人，又不是行魔歪道，是吧？当然不会了。刘伯文干笑着，但还是很担心呢、啊。重新活过来的诱惑不可谓不大呀。宁不齐，你就就算是神仙的，那现在也是死神仙呢。难道就不想再回过来？啊，重整河山，找那些害他陨落的家伙算账。今日见你得了前因后果。 我在此间凡事已了结，有此残神无用，便将神通借于你，能发挥几层就看你自己的天分了。宁不齐，双眼倏的射道神光，牢牢照定雍博文、嗯。难言的意识碎片疯狂的涌入雍博文的脑海之中，奇妙的感悟渗入身体，渗入神识深远之处。 去修去修，去修去修，今日得逍遥，方丈大自在，哈哈哈哈哈哈！去修去修，去修去修，今日得逍遥，去修去修，去修去修，今日得逍遥。 方正大自在，哈哈哈哈哈哈！黑暗空间蓦然破碎，宁不,不齐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着，世界在旋转着，灵魂在震颤着，光明重新入眼。呃、雍博文一屁股坐到地上。 天旋地转，脑袋胀闷欲裂，胸口反握，忍不住干呕了几声，扎手扎脚的重新爬起来，使劲晃了晃脑袋，神智渐趋清醒。无数的奇功妙法如同潮水一般涌入脑海，他不由得大喜过望，下意识的拔出剑来，就要使上几招，耍耍神仙威风。 只是仔细一分辨，却不由得大骂宁不齐坑爹呀！那些个威力无穷的功法，通通都是需要先驱法体才能使用的，也就是说，那都是神仙的功法，凡人你是用不出来的。啊，或许这当中有凡人能用的，但是这功法林林种种，成千上万，数之不尽。大敌当前，哪有时间给他一样样分辨出哪个能使，哪个不能使啊？ 哦，还得放三本书，一个是神功秘籍，嗯、呃，一个是这个呃查神功，一个是怎样查神功，然后拿过来看完以后，啊，第五页，这个是，雍博 <laughs> 文当真是欲哭无泪啊！好不容易搞了个藏神术啊，棉花万里送神石，结果半点用场也派不上，这算什么神转折呀？ 他、啊、这边心思翻腾的，却忽听艾丽云惊声厉喝：“肖文！”啊！雍博文打了个机灵，还以为对面敌人攻上来了呢。猛一抬头，眼前华光大放，仔细一看，那光华竟然是从艾丽云身上绽放出来的。光分五色。 隐约呈现出巨大的莲瓣形状，而艾丽云就在那莲花心蕊当中，惶恐不知所措。哎，小云姐，什么情况？雍博文大骇上前拉住艾丽云，只觉得那光温润难言，照在身上竟是异常的舒服。我我不知道啊，有什么东西从棉花身体里跑出来了，进入我的身体里。哎呀，我的脑子里好像很多东西。 这这光就自动冒出来了。青龙金胎的神石。大惊，神失色。宁不奇抢了青龙金胎的神石连接的位置，青龙金胎神石溜出了黑猫命窍，恰好金胎本体就在一旁，便老是不客气的重归本体了。胎体神石重合为一。 艾丽云就是正牌无双的青龙金胎。当面那些贼和尚为了青龙金胎不计一切呀、啊，看了这情形，那不得疯了呀！这下可真是送羊入虎口了，就好像你亲自把唐僧送到妖洞里啊。自寻死路了。妙哉妙哉！金刚法区无畏印，妙想观华莲剑生。 时世千载，今日终见大因果。青龙金胎，且随我去共证大道，同见地上佛国，应大天十轮圣佛法驾降临吧！隆隆的声响自天空中降下，啊啊！两人愕然抬头，却见空中悬立着个赤身和尚，正是。 那日，在光门前击倒艾丽云的家伙，只是不知怎么的，他比起之前上次所见，瘦小了好几圈身体肤色惨白，满身的泛晶也浅淡许多了。说话间，更没有莲花喷吐而出了。赤身和尚当空冲着艾丽云施了一礼：“十轮圣驾，人间皆法转还人，见过青龙金胎，金灵塔已经齐备。” 时代金胎入塔起智，得大神通，便可连接十方三千界，恭迎十轮圣佛降临人间。去你妹啊！耶！雍博文大怒，心下本就有些惶急，偏这死和尚啊，还过来火上浇油。大眼一瞅，见三师叔祖的剑就在艾丽云手头拎着呢，心头莫名一动，脑海中似乎赞叹了一声。 好剑，抬手抢过来，举剑聊天，一招他自己都从来没见过的剑势，使将出来，巨大的剑光，开天辟地，拔地而起，气势凛然，天也斩得，山也劈得，地也开得，无与伦比的大气魄。招是宁不齐的招。 昔日的道家第一高人，天仙坠落，却依旧是在大神通。剑，是三师叔祖的剑。今日得正大道的正牌仙子，人虽不在此界，剑却犹存三分神威。剑光劈开，霹雳一声，震天大响。那个赤身和尚当场就被剑光劈为两半了。 宛若爆了颗超大的炸弹一般，荡起了音波万里，云烟升腾。巨大的飞船上空，突的抱起一团耀眼的光华，急速的收敛，向下灌注。那下方是一层五层高的宝塔，通体灵光闪耀，挂满了千百法器。 光华如一团被汲取的云气一般，急速地被塔尖给吸收着。千百法器同时震动，每一层塔眼都流出浓稠的鲜血。宝塔的下方的甲板上，环坐着一圈儿不停诵经的和尚。光华一起，和尚们同时闷哼一声、呃，七窍流血，有白光自后脑勺处喷射而出，涌入了灵塔之内。 随着白光射出，和尚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消瘦下去，眨眼功夫，皮包骨头，变成了一具具的干尸。灵塔轻晃，发出呻吟般的低鸣，赤身和尚浑身浴血的自塔门之中走出，摇摇欲坠。 每向前走一步，身上的鲜血都少一分，化成一个个梵文字符，凝于皮肤下方。当他完全走出灵塔的时候，身上的鲜血尽都消失了，整个人比方才又小了一圈，白的近乎透明了。旁边有黄袍和尚抢上前去，为赤身和尚披素白僧袍。这。 不是雍博文的手段，赤身和尚神情冷厉至极。为了对付雍博文，截回艾丽云，石轮转劫在数次失败之后，前忍冲动对雍博文和艾丽云做了大量的调查，对两个人的书法水平啊、习惯呢、啊，可以说是调查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小细节，便是他们两个人自己都可能没有注意到。 做了万千准备之后，才会在维尔纽斯悍然出手。哎呀，真是千算万算不如天算，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一个隐藏幕后的准仙人在关键时刻插手，一击便坏了赤生和尚原初的法身，只能借转劫灵塔复生，力量大幅的下降。而三师叔祖更是把自己的佩剑留给了艾丽云。 剑上残余威能，只一击便破碎了笼罩着黑暗世界的天幕，让十轮转劫击步于黑暗世界待命的妖魔大军受到了重创。听得赤身和尚语气愤然，诸僧都是默然低头，不敢接话。刚刚雍博文那突然冒出来的裂天一击，又毁了赤身和尚的二爪法身。 他虽然再次化形转劫，但是法力威能又下降了三层，至此不及全盛时期的一半了。法身回转，威能损失，这些都不是关键。既然做出了灭世的大决心，作战受伤什么的本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这两回偏都是他半分本事都没施展出来，直接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方才毁身掉价。 哎呦，这让自身甚高的赤身和尚如何忍受得了啊？那一剑分明不是人间神通，很显然有他界大能界察觉到了十轮圣佛在此间的布置，插手其间将破坏十轮圣佛的大业十轮圣佛崛起于十方三千界，灭尽诸位佛通，统一本界，进而为布大威能而踏足诸界。 侵略似火，灭界无数，已见无上佛国乐土，却受阻诸于以仙界为首的诸界联盟，数千载而毫无寸进。战事焦灼之下，为打破僵局，十轮圣佛是大威能，投影于人间，布局千载，意图打通人间通道，自背后包抄诸界联盟，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租鬼公司》演播，文浩，后期，兔子。第七百零二章，青龙金胎就是打开通道的关键，而赤身和尚则负有灭世以待十轮圣佛分身法身降临的大任务，在人间秘密布局已逾数百年。 更在这人间与诸界的裂缝空隙间，备下了多年收拢的诸种族妖魔大军，只待灵塔通道开启，借十轮圣佛大威能壮大此军，便可挥军灭世。但是雍博文这一剑，令赤身和尚大为警觉。若是有他界大能插手干预的话，接下来想要灭世，必然困难重重。 那么，抢下青龙金胎，开启灵塔通道，确保十轮圣佛威能降临，将决定着灭世计划的成败。只有依靠十轮圣佛的大威能，才能对抗他界大能的干预。成败，在此一举。赤身和尚甩开扶着他的黄袍和尚，大踏步走到船头，居高临下，遥视下方。 雍博文暗箭在胸，一手拉着艾丽云严阵以待。方才那一剑呢，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但是旋即升起的便是无尽的喜悦。哎，关键时刻，宁不齐这道家高人呢、啊，果然靠谱万分。那破天一剑，分明就是他留下的神通啊！有了宁不齐残留的神通依靠，雍博文信心大增。就算不能灭尽对面千军，但多撑一段时间。 撑到后面支援赶到，将来也是不成问题的。赤身和尚的声音自空中隆隆落下：“青龙护法，你甘心沉沦，坏十轮圣佛大计，可治罪否？”靠！你有种飞出来试试！国向着天空巨大的飞船竖起中指。那赤身和尚，刚才。 赤赤的飞到空中显摆威风，结果被一剑砍爆了。虽然没死掉，但是这一回啊是只敢躲到船上，不敢冒头了。摆明是尾巴。啊啊！啊哼，你以为有仙界大神通可恃，便能随心所欲了吗？我有雄兵百万在此，你孤军无路，便是正牌仙人，也只有陨落之徒。 去你妈！的飞船划，又是一剑，轰的一声，剑光落处，飞船荡起一层透明的保护罩。诵经之声于船上大作，经文泛字似雪花一般飘飞，落于透明的光照之下，经文。 旋转不休，牢牢地守护着飞船。杀！赤身和尚立于船头，手高高举起来，笔直地伸向前方。诛杀青龙护法，夺取金胎，守功者可入大轮回，正转结正果，不死不灭。大地之上，百万的妖军齐声应和。 从四面八方向着作战傀儡构建的防御阵地，如同狂潮一般涌了过来。作战傀儡，枪炮齐发，密集的火网构成了一条死亡的封锁线。冲锋上来的妖魔如同割麦子一般，一排排的倒下去，尸体层叠的堆积，血流成河。沉闷的脚步声。 如同闷雷一般响了大地、嗯、数十米高的各色的巨人夹杂着妖军洪流当中，大步向前。刚刚那个青蓝巨人，赫然便在其中。巨人仗着法术和坚强的身体，排成紧密的一排，挡住了弹雨。 为冲锋的妖魔提供坚强的庇护。嗯，剑光闪起。嗯，冲在最前面的青蓝巨人的冰盾，头颅离躯飞起，鲜血如同瀑布一般，喷涌而出。巨大的头颅在天空中发出凄厉的惨叫，还没等落下，侧旁的巨人已经接二连三的倒倒了。 仗剑横行的雍大天师下场。三师叔祖的利剑，宁不齐的神招，雍大天师大显神威，所过之处，斩瓜切菜一般，将巨人一一击倒。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压死了妖魔无数。更多的妖魔还是前赴后继的涌上来。 面对雍博文与密集弹雨共同交织的死亡之线，毫无退缩之意。赤身和尚俯视战场，目光微凝，挥手喝了一声：“杀！”船上集结待命的大批红袍和尚纷纷跃下船，哎呦，啊！向着雍博文和艾丽云杀将过去。雍博文急急自阵前回转，与艾丽云并肩作战。 共同应对红袍和尚。这些红袍和尚都是十轮转劫蓄养多年的精锐，法力高深，勇往直前。这放在平时啊，个个都得花雍博文好大功夫才能收拾掉呢。但是雍博文现在得了宁不齐和三师叔祖两大仙人的加持，神童无比啊！举剑斩人命，落剑割人头，只杀的红袍和尚是尸骸遍地。 但是红袍和尚们依旧奋不顾身扑上来，死死缠住艾丽云和雍博文，让他们无暇抽顾前方作战傀儡的战斗。千奇百怪的妖魔如同洪涛一般，不停地拍击着作战傀儡防线，靠着尸体的堆积，一步步向前，缓慢而坚定地推进。战事这般的焦灼了不知道多少的时候。 作战傀儡的射击突然一顿，渐渐的稀疏却是弹药用尽了。压力大减的妖魔军队齐声欢呼，疯狂全军压上，扑面而来。作战傀儡们拔出了近战刀剑，准备做最后一搏。 但是没有了犀利的术法武器支持，作战傀儡们的肉搏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呀、啊！眨眼功夫，防御圈就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妖魔中。群攻而至的妖魔很快便被清理干净的作战傀儡顽抗，加入到了红袍和尚对雍博文和艾丽云的围攻当中。混乱之中，雍博文死死拉着艾丽云的手。 大呼酣战，仗剑落斧，在乱军当中是往复冲杀。虽然已经眼见毫无希望，却依旧坚持着不放弃。艾丽云抱着棉花，紧紧跟在他的身后，泪流满面。妖魔与和尚的尸体在四周堆积的如同小山一样，鲜血将脚下的大地。 进市场的沼泽，一步一赤身和尚立于船头，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困兽犹斗的雍博文，暗暗盘算着：“再稍等一下，再多消耗他一些法力，出手必定要一鼓成擒，绝不给他缓气的机会。”他被雍博文的破天一剑呢，给吓怕了。 却是指望着部下靠着性命先把雍博文拖疲惫了，再亲自出手击杀雍博文，抢回艾丽云。坏了，他的剑已经变慢了，他的剑势范围已经缩小了。只要再等等，再等等，在他疲惫不堪之时再出手。智深和尚耐心等待着最佳的出手时机，定要一举将雍博文碎尸万段。 手在颤抖着，步子越来越沉重，法力快速的流失，呼吸沉重的，好像在拉扯着破旧风箱一样。再锋利的剑，再强大的招法，可是他的身体却依旧还是原来那个凡人之躯啊，法力水平也没有得到什么突破性的变化，仗着器械招式可以逞风一时，却难以长久。 眼前的妖魔似乎无穷无尽，杀之不绝。钟博文真心觉得累，全身酸痛，手臂都失去了知觉，每一剑都机械的挥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防御的越来越不周全，一道道伤口出现，鲜血流淌，带走了更多的力气。 真的坚持不下去，只要再来一剑，就放弃吧。雍博文这样想着，拉着艾丽云的手便不由得紧一紧，挥出一剑，再挥出一剑，一件件的坚持下去，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 一个红袍和尚趁着剑势的空隙抢上前去，一掌印在了雍博文的胸前，<laughs> 鲜血喷吐，溅的和尚满头满脸。去你妈的！雍博文一剑将和尚刺穿。<laughs> 那个和尚脸上涌起金光，整个身体变成了铜浇铁柱一般的颜色，牢牢地将剑锁在了体内。雍博文奋力地拔剑。<laughs> 那和尚做了最后一个动作，缓缓合十，夹住了剑身，垂头而死。可是剑却好像住在他的体内一般，纹丝不动。你、呃呃，你，雍博文再拔，剑身发出一阵的悲鸣，霹雳一声大响，耀眼的光华迸射。 巨大的力量突然爆发，将方圆数百米内的妖魔和尚通通化为灰烬。激烈的战场终于出现了一瞬间的平静。空荡荡的圈子中央，雍博文拉着艾丽云，半跪着，手中的剑拄在地上，只剩下半截儿，剑断了。 哈哈哈哈哈！<laughs> 赤身和尚大喜，自船头上一跃而起，准备打算占便宜。雍博文突然抬头，冷冷地注视着赤身和尚，那目光依旧坚定，毫无一丝的软弱。这让赤身和尚感到异常的恼火。困斗之兽为什么还敢如此坚持，如此的骄傲呢？ 金博文缓缓地站起身，摊开双手，掌心各有一道符箓。没了剑，他还有符。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坚持战斗到底，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赤身和尚犹豫，或许再让大军冲一冲，消耗一下他的符禄。这一丝犹豫让赤身和尚感到恼火。 如果不是元初法身被三师叔祖给破掉，二转法身又被雍博文的一剑袭杀，以他的大神通，哪用得着思前想后啊？他若是有雍博文一半的勇气啊，或许就不会有这种犹豫。妖魔大军和红袍和尚在短暂的惊愕之后，再次呐喊着，拼死而上，胜利就在眼前。 小文，你你你一道绿光蓦然的在雍博文的身后迸发出来，仿佛在空中画出一道绿色的线。那线旋即急速的扩大。 化为一道方形的门户，这突如其来的门户顶天立地，高竟有数百米，宽有数里，面积之广简直超乎人的想象。一道传送门户不过是为了送些人通行，用得着开这么大的门户？这得消耗多少的术法原料啊？依靠多少法师来同时激活呀、啊？ 一只巨大的脚踏出门户，落地生根，震得地皮直颤。身披黄金的巨人旋即穿门而过。这巨人身高近百米，面目模糊却凛然生威，微微环顾，翻掌拍了下来，轰！落掌处炸起尘埃漫天。 掌下的妖魔和尚进城击粉，余波震荡之下，近百米周遭妖魔尽皆狂喷鲜血而逃。黄黄金力士，历史啊、赤身和尚身体微微发抖啊！刚下了船呢、啊，低吼了一声，卷起一阵烟云逃回飞船。最可怕的猜测，终于被他亲眼证实了。 仙界特有的作战兵器黄金力士，居然会出现在人间，不正说明了仙界已经亲自插手这场斗争了吗？哎，良机丧失啊！终于让雍博文挺到了援兵到来了，哪怕只有一个黄金力士，他代表的意义却令人不寒而栗。或许应该早些出手才是啊！赤身和尚如此的懊恼。 光门之处，第二个黄金力士紧跟着穿门而过，与第一个黄金力士分立雍博文和艾丽云左右，挥舞着巴掌，像拍苍蝇一般，是左拍右打，灭杀妖魔无数。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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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跌坐在地上，拉着艾丽云的双手，放声长笑。<笑>两个黄金力士的脚踝内侧都铭着一行大字：“博文傀儡制造研发中心”。 得到了三师叔祖的图纸，参与了十轮金刚与仙使的实地构造，傀儡制造中心终于成功在人间复制了正牌的黄金历史。这两台样机呀、啊，刚刚出了测试平台，便被第一时间投入到营救自家老板的战斗当中，首战立功，光凭一个亮相就吓跑了虎视眈眈的赤身和尚。其实啊。 赤城和尚并不畏惧黄金力士，他畏惧的是黄金力士所代表的仙界的力量。若是让他知道这两台是人间制造的话，说什么也不会前功尽弃的，而是尽全力试一试击败雍博文。可惜的是，最后的机会被他的胆怯放弃了。 妖魔大军依旧潮水一般的往上不断的冲击，想要复制刚才成功的妖海战术。嗡，嗡嗡的密响，蜂群一般的飞行傀儡穿行门户，在黄金力士的头顶上呼啸而过，扔下了暴雨一般的炸弹。紧跟在飞行傀儡后方的是一艘。 巨大无匹的，以地狱浮台为核心制造出来的空天母舰。地面上，大队的作战傀儡和地狱魔王蜂拥而出，仗着密集的火力，将妖魔大军冲锋尽数打灭。李瑞流带着大队的作战法师，自空天母舰上乘着小型的飞行傀儡降落下来，将雍博文团团围住。 李瑞流关切的上前扶起雍博文，张嘴说话，可是声音全被周围巨大的声音所淹没。到上面说话！雍博文扯着嗓子大喊。李瑞流点了点头，一众手下的作战法师扶着雍博文和艾丽云登上了飞行傀儡，飞回到空天母舰上。干得漂亮！带了多少队伍来？ 吴博文站在母舰船头遥望，那艘十轮转结的巨大飞船正转头调转头往那座高峰逃窜呢。那里是十轮转结经营多年的老巢，在那里便是神仙来袭，赤身和尚也有信息一战。报告，所有能调动的作战部队都带来了，大概百十万吧。弄不清楚这边到底什么情况，所以大家的意见是进行总体动员，有备无患。 越过了绿色光门，便是维尔纽斯。同样巨大的顶天立地的光门，伫立在维尔纽斯的市中心。东欧法师协会的所有法师都放下武器，围聚在一个巨大的法阵上，施展着法力，维持传送门户的持续存在。他们也同样目瞪口呆的看着另一座门户，与绿色光门差不多大小的，那是通往地狱的门户。 抓狂的博文集团全体员工动员了海量的人力物力，在短短一天时间之内，建立起了一座通往地狱的巨大的门户。来自地狱的空路大军如同潮水一般，穿过了两道门户，源源不绝开进了那未知的前方。那进攻，彻底消灭十轮转劫，让我们一战定乾坤。 金文踏足船首，指着前方阴仄仄的巨大高峰，意气风发。上，艾丽云抱着棉花，紧紧贴在他的身旁。棉花骄傲的昂首，喵了一声。一艘艘空天母舰带着海量的飞行傀儡，遮天蔽日而行。大地之上。 洪流般的作战部队正携着覆盖性的炮火攻击前进，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租鬼公司》这本书呢，从今天开始就全部播讲完毕了。 你要说我的感觉吧，意犹未尽呢、啊。啊，我和大家一样，都、就是这个初次接触租鬼公司啊，是在十年前吧，差不多啊，也是听桑子老师这个录制的那一个那个版本的租鬼公司啊，当时只听了二百多集，辗转反侧呀。我记得我在一五年北漂的时候啊，就是靠这个生存下来的。 就是很艰苦啊，但是天天，这个一下班往、啊、床上一躺，或者放假呀、啊，这来来去去。我听了就那二百多集，二三百啊是二百多集，对我听了得有，是到七色岛是吧？我听了得有五六遍，啊六七遍得有了，反反复复的听，真的很过瘾。我还记得当年的那个配乐是吧？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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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呀，只能说愉快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嗯、呃，当时也是希望这个桑子老师有朝一日能把这个书啊完结。这次我亲自录完，也算是圆了一个曾经的一个梦吧。 也算是带着情怀来的，呵呵呃，当然也后悔于自己的播讲能力，可能一直觉得还驾驭不了这本书，但是也算是竭尽所能完成这本书了。哦，对了，告诉大家一个小花絮啊，不知道哪位听友注意听了《租鬼公司的第一集》，前面那个，你想租一个鬼吗？ 这一段的片头就是邀请我们的桑子老师播讲的啊，不知道谁听到没有？这算是给大家这个圆了一个呃小梦吧，啊，算是一个小彩蛋。哈哈哈不过这呵呵这最后真是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啊！哎呀，真没想到，但是没办法呀、啊，作者就是这样写的。 所以呢，我们也就只能直播于此，就此结束了。呃，我也有和作者沟通过，呃，据说啊，当然这个不要传啊，不要传，也不要抱太大的信心啊。呃，据说作者好像，貌似差不多，也许这个啊，我已经跟他打招呼了啊，他说。 呃，有打算这个修改、续写的意思啊，但是没有第二季。我有问过他，说了不打算写第二季的、啊、没有第二季，但是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修改啊，或者简单的续写一下。哎，只能说期待吧。但是我也和作者打好招呼了啊，只要他这边写了。 然后我会随时跟这个作者沟通，只要他那边写了，我这边随时在补录，啊，争取如果作者要是呵呵再写点什么更精彩的，是吧？把这个能完善一下，那就更好了啊！我也一定给大家哎录圆满。哎，目前是吧？咱们就只能走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对我这段时间的支持、热爱。 然后这段时间大家的评论我也都看到了，实在是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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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后面呢，文浩会录制更多的其他的作品给大家讲其他的，也许会比这个精彩，也许没有这个精彩的故事。好吧，我是文浩，咱们下部书再见吧。